我先吃饭了。Hello，开播喽！大家晚上好，小点节开始了。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我们来听着很平喽。静哎。Hello，大家好，我们来喽。Hello，Hello，hello, 辛苦大家，我们的直播开始啦。开播了，我们来喽，我们来喽，辛苦大家。Hello，Hello，hello, 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们来喽。晚上好，晚上好。是，来了来了，辛苦大家，我们直播开始啦。是的，好不好？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哦，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来喽。嗯，头顶上方点关注哦。是，今天晚上是我们的宵电影节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是，好不好？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我们转发一下直播间，让更多女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玩哦。是，好，然后我们今天晚上会有那个就是苹果手机给大家准备好了，嗯，然后我们已经帮大家把 iPhone 13挂上去了，对，大家可以直接去拍。等一下我们会讲解 iPhone 13 Pro 跟 iPhone 13 Pro Max 的一个手机，好不好？35号，哎呦，我的天！你这个大35号就是我们的苹果手机，然后包括我们的苹果手表，就是 Apple Watch。也帮大家加上链接了，大家可以直接点击购买，好不好？看红字进行购买就行了。对，特别的简单。然后包括我们的蓝牙耳机也帮大家上来了。但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35号链接是 iPhone 13嘛，它其实今天我们是可以充购物金给大家做到一些优惠的，而且88 VIP 还会更便宜。对对对，所以大家如果要买 iPhone 13，因为之前挂链接了，优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哦。是的。要往下滑，我们先把购物金充好。对应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充多少，它会给大家有一张这个100元对应的50元的券，然后大家也可以这样子再去购买，会更加的划算一些。划算一些，好不好？大家可以去充购物金购买我们的苹果手机啊。辛苦大家，今天晚上颜色的话其实还蛮多的，但是我们那个粉色跟白色缺货，但蓝色啊、黑色啊、绿色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红色啊都有货，都有货，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特别是新的这个绿色，等开始，好不好？这是新的绿色，我们已经有货了啊，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辛苦大家，然后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然后所有女生们，我们今天晚上空气炸锅也是一样，9点半，好，好不好？空气炸锅也是一样，9点半我们上给大家，没问题。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哦。然后所有女生，我们今天帮大家一共准备了10个零食、30个宵点、2个时尚，以及我们挂链接38个产品。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产品一共只有42个，对。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扫地机器人的话，等下也会有科沃斯，会有的，大家不要着急啊、哦。然后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见谅，我们今天的所有产品的话，都会用视频的形式跟图片的形式来给大家做展示。对，特别是大宵店，因为我们这边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帮大家来去做那个就是演示，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担待，好不好？但是我们会讲解的非常的清楚，好吗？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然后。所有女生们 ，iPad 跟大家说一下，不好意思，因为他们的仓库还没有就是完全到仓，所以我们 iPad 可能会在明天晚上或者是后天晚上上给大家，是具体时间我们具体通知，好不好？所有女生们啊、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应该是明天晚上会上我们的 iPad。好吧，13 Pro 和 Pro Max 一会儿会直播讲。对、13 Pro 跟 Pro Max 我们就在9点钟准时开，对，好不好？然后我们的那个 iPad 明天晚上帮大家上。好吗？因为还没有到仓的原因哦，不好意思啊，辛苦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担待一下，因为最近的话也是疫情问题，可能仓储物流比较的就是激动，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见谅一下，对，好吗？辛苦辛苦哦，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扫地机器人，我们底下就会上，我们很快很快就会把零食和我们的两个服装卖完，好吧？我们今晚的服装的话，一个是我们的古良吉吉的一个格纹针织包，给大家看一下吧。好，这个也是现在比较火的一个就是包包，有一个托特的一个这样的手拿包，没错，然后它是这样格纹的，是，这是古良吉吉的哦。美们，这个现在在线下的那种就是那种买手店特别特别的火，时尚设计师的一个集合店，特别特别的火。是，然后这个包包的话，我们今天晚上大号只要599，小号只要459。没错，这个在线下买手店买的话，大号是899，小号是659。我们今天晚上到手价只要599的459。然后我们今天还有到的是斯凯奇的一条运动裤，这条运动裤的话也是特别特别的好穿，然后只要139一条斯凯奇。对。好不好？斯凯奇的鞋我们今天是挂链接啊。对，斯凯奇的鞋我们已经帮大家把链接挂上去了，大家可以直接买的那一种。因为这个我们之前播过的啊、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在15号宝贝链接。对。好吗？329块钱斯凯奇的雪糕鞋。有。斯凯奇的雪糕鞋已经帮大家挂链接了，在15号宝贝，想买鞋的女生们自己去冲。对。好吗？然后包括昨天旺旺穿的那条裙子，在我们的宝贝链接的18号宝贝。大家想买昨天晚上旺旺身上那条裙子，18号宝贝哦，然后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拍哦，我们的18号宝贝的裙子，好不好？谢谢大家支持了，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然后帕森的那个折叠太阳镜啊，我觉得夏天也是可以买起来的，好吗？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上的 T 在十号宝贝，是一件横条纹 T， 做内搭嘛，嗯，然后单穿也可以，是，好不好？辛苦大家啊！然后我们今天是我们的潮店节，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一些生活家电给大家来做推荐，是，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13 Pro 多少钱啊？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来介绍，对，九点钟准时上手机，好不好？我们前面40分钟把零食跟两个时尚全部播完，然后准时来开始手机，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没错，哦，空气炸锅一样9点半哦，可以的，好不好？我们每一次的空气炸锅都在9点半。我跟你说，还有今天晚上德龙的那个咖啡机哦，半自动咖啡机，前两天买它，我拉花的那个，好不好？真的，这个可以买它的，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在家里面可以喝起来咖啡的那一种，好吗？辛苦大家，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喽，好不好？我们直接开始喽，可以来吧？我们的第一个，所有女生们，酱卤大叔。吮指肉脯，我们先来一个零食给大家啊。然后所有女生们，他们家的肉脯的话是这种，外面是大包装，里面是这种小袋包装给大家。然后我们的肉脯的话，一包是90克，然后他们家选用到的是整切的猪后腿肉跟优质的鸡肉，所以整个肉质比较的偏紧实，而且所有女生们柔韧性、耐嚼劲都非常好。给大家看一下，而且哦，所有女生他们是去了腥味的，是，就是保留了肉的那种醇香，但是越嚼越香。而且我们每100克的肉脯里面有 30.9 克的蛋白质，就是高蛋白质的猪肉脯。这个真的就是它一点点咸香，然后它越嚼越香，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软硬适中，不会是那种特别特别的硬的猪肉脯哦。天猫店铺价19.8元一袋，我们直播间数量挺六，每门49.8元六袋给大家。好吗？数量填六，49.8元六袋给大家，来吧，3、2、1，我们先上链接喽。其实算下来这样子应该是8.3元。对，嗯，这样一袋，然后包括里面是这样子的独立小包装，想吃的时候单独拆一袋都可以。对，就是我觉得在开始吃着有点甜味，然后越吃越有那种香味，对。好不好？它的香味是真的比较的重的啊，香味是比较多的那一种，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已经上链接喽，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喽。有的，好不好？多多关注啊，40号宝贝链接，大家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佳琪直播间，我们已经帮大家上链接了。对的，大家可以直接去拍起来了，数量填六就好喽。嗯，好不好？美们，数量填六就行了啊。来下一个，我们的好想你冰烤蜜薯。哎，这个我跟你说非常好吃，可能很多人说吃红薯不是冬天的事情吗？但是他们家就是冰烤蜜薯，给大家看一下，什么意思呢？这个蜜薯哦，你可以放冰箱，可以，你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像小甜甜，哎，但是不用冷冻啊，冷藏就行了，好不好？你放到冷藏里面，然后你直接拿出来的时候，它就像那种吃那种小甜点的感觉，是，就是那种冰冰的那种小甜点，特别特别特别的香。你看他们冰的啊，冰这么冰的也太硬了吧？我们拿一个新的。就正常的，我们不要放在，不要放冰冻，放冷，你们真的不要放冷冻哦，放冷藏就行了。给大家看、啊、这个两个真的变成冰淇淋了。哎，给你们看他们家的冰烤蜜薯，它是带湿度的，是的，它其实软软糯糯的那一种哦，帮大家就捏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可以啊。哎呀，然后大家发现这个蜜薯是去头去尾，是，所以只是中间那一段做整切。而且你可以，如果你不喜欢吃皮的，那个皮会比较的好扒下来，很好撕，非常非常好撕下来这个皮。好不好？希望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蜜薯真的是很好吃的。如果大家喜欢吃那种小红薯的女生们，可以去买它。对，而且它会比较偏糯糯的、软软那种感觉。是，就是大家如果吃的时候，你可以这样直接常温保存。嗯，你也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面去做一点点加热，这样的话就是热红薯。而且他们家是用到的福建的一个六螯小蜜薯，它是那种沙地种植的，所以它整个做的新鲜的一个挖产，去头去尾嘛，拒绝边角料。好不好？让大家吃起来是最好的那个里面那个，他们家真的，中心我跟你们说，甜，它的甜就是蜜薯的甜，红薯的甜，对，就是那种香甜软糯的感觉，这就是健康零食。嗯、大家吃一点点粗粮，红薯啊，我觉得是好的。早上起来的时候来不及做早饭，一个红薯，一个面包，然后再加一杯牛奶是完全没问题的。对的，天猫店铺价44.9元一箱，一箱有9个左右。佳琪直播间数量填啊，第二箱不要钱，44.9元两箱给大家，而且是我们的好想你，不用加热哦，这就是已经熟的了。对，然后你不会有负担，这个就是独立包装，一次一个、嗯、啊。然后大家放心，我们的那个小蜜薯它是小蜜薯，所以大家吃起来没有太大的负担，不是说那个大红薯大家要分开吃，不需要。没错，来吧，我们上链接喽，数量填二哦。好不好？我们到手价，所有女生们，每门44.9元，两箱给大家。对啊，在我们的宝贝链接里面的40号宝贝，大家赶紧抢起来吧！保质期是6个月，没错、啊，大家放心。好不好？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哦，辛苦大家。
然后上海不能拍的地区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下次再来买，好不好？可以。上海如果拍不了的地区，我们下次再来买，好吗？没有关系哦，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啊。然后我们后面会帮大家做一次那种就是专场活动给大家，对。然后就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好不好？然后我们的秘书已经加好了，数量填啊。然后所有女生们，酱卤大叔的美门肉脯也帮大家加上来了，是，大家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冰烤秘书已经在了41号宝贝链接，九点半准时空气炸锅，九点钟准时苹果手机。好的。九点钟准时苹果手机，对，九点钟苹果手机，九点半空气炸锅。小姐，你们不用着急，八点钟开始会有平台的跨店满减。是的，所以大家不用着急，可现在买啊、哦。嗯。八点钟买，等下销店八点钟买会有券出来的哦，所以大家不要着急哦啊。跨店满减，来吧，下一个我们的美门。哇哦！快手小厨的美门，我们的那个龙虾调料。龙虾有没有你做的棒？所有女生们，小龙虾来了哦。好幸福啊，我跟你说真的，还好家里面囤了一点小龙虾，好吧，要不然真的就是今天晚上那个龙虾调料都调不了了，真牛啊你，好不好？因为我们家就是很喜欢吃龙虾，然后我们之前就是直接把那个就是龙虾冻到冰箱里面，这种虾尾，因为湖南人嘛喜欢吃虾尾，是，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小龙虾来了，怎么样？赶上好吃吗？赶上你做的？赶上我做的了？不可能，你这样、我天，我不相信，辣。哎，所有女生们，夏天就是吃小龙虾的季节了。然后你们应该去菜市场的话，应该也会发现很多那种小摊小贩都开始给大家做，就是买卖小龙虾了，嗯，对吧？小龙虾买回家啊，用那个刷一刷，刷一刷，然后用那个就是牙刷把它那个肚上的那种脏东西刷一刷，对，然后把它的头啊什么都可以剪一剪，然后把它小脚剪一剪。所有女生们，美们，但是你做龙虾真的是很难的，特别是让龙虾入味是一件比较难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什么？就要用。我们的那个就是龙虾调料，这就是我们的小龙虾的调味料，让大家学会做龙虾，而且做龙虾非常的简单。哎，旺旺，我们都在上海嘛，你知道上海一盘龙虾就这么一盘虾尾啊，至少要卖200块钱吧？真的要，如果是至少、如果是那种大虾，就是整只虾，就是什么虾头加虾尾的话，所有女生们一按只算，一只15、16块钱。对，北京吃小龙虾也是马小，我在特别贵。我在上海吃小龙虾，只有李佳琦请客，我们才会去吃。有到这种程度，那真的太贵了。像是啊，我跟你说，北京小龙虾更贵。北京小龙虾是按只卖，它真的忒贵了。但是8块钱到25块钱一只的小龙虾，我有吃过一次。你知道我在北京吃小龙虾都不敢吃。但其实我们昨天讨论，其实原料买回去是很便宜的。你知道，像湖南买小龙虾3块钱到5块钱左右一斤，像江西啊、上海买小龙虾，龙虾质量好一点要15块钱一斤。美们，你们算一算。对不对？15块钱一斤，我们就去头去，我们去头掉的话，大概一斤可以出3两小龙虾的左右的一个尾巴。嗯，你自己家里面做多划算，相当于什么意思？你吃10斤龙虾，你也才花150把原料买回来。对。但是你在外面吃10斤龙虾，你要花多少钱？在上海10斤可能要4位数了吧，要1000元左右了。对，因为那个真的很恐怖，带虾头的很恐怖。我们吃这种虾尾精髓。没错，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买回家，把虾头憋掉，把我们的虾线取掉，直接做家里面自己炒龙虾，做我们的。小龙虾虾尾，对，好吧，好，他们说今天买19.9块一斤，是不是很贵？好不好？在外面买更贵。我跟你们说，在外面吃更贵，我们就直接用小龙虾酱直接做。我们今天有小龙虾调味料是蒜蓉的，以及我们的13香的，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来抢。还有麻辣的啊，然后我们建议大家能吃辣的女生们买麻辣味，我们不能吃辣的话买13香或者是蒜蓉味。好不好？所有女生们、美们，这个真的可以去试试看的，因为他们家做小龙虾调料做的非常好，就是味道真的足够入味。对，其实旺旺都已经入味到现在还在、因为我们这个是用到的麻辣的。其实正常来说，我吃是剥的，嗯，那那个肉进去味道就可以了。然后我刚尝试了一下你刚刚那个方法，怎么样？入味吧。回来了，然后通道这里都跟你说整个通了，头顶通了、太入味了，阿姨，这可能是炒了2次啊，但是好好吃哦，真的，我认真说是好好吃，但是好好吃哦，这个味道，等我晚上加工一下，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经常吃龙虾、可能，哎呦我天，这个麻辣味，你啊，手部会好一点，对不对？我非常想要两个贵州的人来试一下这个辣味。那你吃一个，来，小布吃一个。你要嗦汁哦。来啊！你们买那个13香就足够了。
好不好？你们买13箱就足够了。你要整个吞进去啊？是辣的吧？你再说还好，你真的这个太假了。真的，真的，我因为我刚用李佳琦教我那种去虾尾的方法，就是咬开背。嚯、哦！哎，聚焦一下。这个就是李佳琦的技能。真的，我跟你说，好好吃啊！我可以不用，我可以不用那个手，我可以不用手。我现在有点晕。啊、我也是，吃一颗就有点上头。上头因为他们家麻辣味，我跟你们说，那种什么贵州的啊，然后那种湖南的啊，绝对爱吃这种麻辣味。好不好？绝对特别爱这种麻辣味的、哦。我们去买那个十三香和蒜蓉的就可以了。所有女生们，买完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39.7元到手我们直播间，28.7元到手三袋，好吗？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的美们麻辣小龙虾调味料，28.7元到手。3、2、1，我们上链接喽！刚特别搞笑。好不好？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辛苦大家，数量填一。28.7元三袋，真的值得买，这个是省钱的一个方法，对，不用去线下说，真的花大价格，我难得吃一次小龙虾，而且你怕自己在家里面做小龙虾做不好吃，大料是很难的。我告诉你们，昨天还买那个米婆婆跟什么我们乌苏大啤酒，佳琪刚昨天好不好？乌苏大啤酒放在那个里面直接烧一烧特别好吃，把这个酱先炒香，然后把龙虾倒进去炒熟，边边、嗯、炒熟了之后呢，就放一点什么米酒。放一点什么乌苏大啤酒，我跟你说超好吃，那个龙虾好吗？自己在家也会做小龙虾啊，是特别的、哦、好吃的、嗯、而且会怀念的。嗯，今天有机会吗？再看吧。嗯、哦，要把这个小龙虾加工一下，累了呗，好不好？辛苦大家，真的一年来的做一次饭，厉害。能不能选十三箱啊？可以啊，可以的。我们今天晚上是啊，就组合装各一袋啊，就十三香一袋，麻辣味一袋，我们的蒜蓉味一袋。如果大家吃不了辣，是这样子的，就是 你就可以把麻辣味、蒜蓉味加一点，对，好不好？然后包括这种调料的话，其实也可以做什么，也可以做一些，就是我们的水煮菜的，好不好？也是可以做一些菜的啊。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好不好？我们的麻辣小龙虾调味料已经上链接了，42号宝贝链接，是辛苦大家下架了吧？是下架了哦，下架了哦，可以再加一点货吗？再加，稍等。马上加货，大家不要着急哦。好认真，真的很值得买。他们家不会做饭咋整啊？慢慢学，我觉得。问一下你妈。加好了。好不好？然后看一下我们那个小红书就知道了，特别简单的，好吗？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辛苦大家啊！然后我们的麻辣小龙虾调味料已经加好喽。其实我觉得这个翻炒。就可以了，如果你会基础的翻炒就可以，它料都帮大家调好了，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好不好？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不能买，地区不能买，我们下次再来吧。嗯，好吗？对不起大家，地区不能买的话，我们下次再来吧。对不起哦。加上来了吗？加上来了，因为我们地区现在不能买，哦、是右下架了还是地区不能买？如果那个的话是框起来的呀。嗯，有些是。我们确认一下，看一下地区可不可以下单哦。嗯，好吗？来下一个，我们的自嗨锅，我们的煲仔饭组合来喽。先给大家看一下自嗨锅。他们说下架了，没货。好，马上加。老板，你们这里是好。哎，可以加，可以咯，可以买了。现在可以了，已经加好了。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小龙虾酱已经加好了。就是、能，现在是加上来了。如果是不能买，就是代表现在的物流发不了货。是的，好吗？好不好？辛苦啊！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自嗨锅。米饭来了，这个大家都不用介绍了啊，我们就是拿一个做展示。所有女生们，我们自嗨锅就特别特别的火，在家里面有的时候想要吃一个快手饭，大家就可以直接用它。我们今天里面会有到广式香肠煲仔饭、咖喱牛肉煲仔饭、回锅肉白仔煲仔饭，以及我们的台式卤肉煲仔饭，好不好？味道都会有给到大家。他们家就是真的做到了有滋有味，而且15分就可以享受到一个美味饭。而且煲仔饭其实很多人想要吃快餐的时候，对，都会去吃煲仔饭。而它里面的料是蛮多的，给大家来聚焦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上面是我们额外的一个配料。是我们这次选用到的米其实是非常厉害的，是我们东北的一个长粒香米。是的，所以它可以做到是颗颗分明，而且不粘牙。然后有些女生说，其实我如果有一些饭煮起来会有点啪啪烂，它就不好吃。像粥、像稀粥，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的好一些。对，好不好？天猫店铺价58.8元到手，我们直播间哦，48.8元到手，领10元优惠券。我们的自嗨锅48.8元，3、2、1，上链接喽。是，它是四个口味啊。他们家回锅肉跟那个台式卤肉超好吃，非常。他们家回锅肉跟台式卤肉饭非常非常棒。然后这就是个组合，大家就可以任意的来选择嘛。是的，嗯、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已经上链接喽，大家可以直接来抢我们的
自嗨锅。好的，好不好？数量填11，然后领10元优惠券，然后这个就放在家里面，让自己觉得安心。它很简单。嗯，有的时候来不及吃饭了，就直接用它做一做。对，家里的囤货的小零食、小主食，好不好？囤货一下我们的小主食哦，自嗨锅已经加好了。然后我们的那个所有女生们快手小厨的麻辣小龙虾，我们的那个料已经帮大家加上来了啊，真的好吃，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多多关注好不好。然后我们所有女生们自嗨锅也加好了，大家直接买啊。下面一个我们的冰清青梅气泡酒来了，来我告诉你们所有女生们，这个我看了一下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再看一下啊，看那个对，它的酒精度是5度，好不好？所有女生们美们，又让你上头又好喝的冰清青梅气泡酒。这个上头要喝蛮多的。哎，我现在有点小瞧。啤酒只有 3.5 度。它5度。小小一瓶啊，就稍微小酌开心一点。好，等一下你晚上不要给我把这瓶牌喝掉。没有到这种程度吧，给大家看一下。哇，怎么办？等一下。你就按住。它就出不来了。吓我一跳。你的杯子不是在你左边吗？哇，有点赶不上，1、2、3 OK， 它会有一点点的小气泡。气泡，对，它的气泡不会像啤酒那么的胀肚，但它会比较的适合女生喝。好好闻哦，很香哇，非常香的青梅味，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这个是真实水果为原料的一个青梅酒，我们是不添加香精。酒精，然后是原果汁含量大于 35%， 是它是三次发酵加三次复配工艺，就做到了比较的偏泡沫绵密，然后酸甜淡雅，就女生我觉得佐餐的时候喝一喝这种酒，好入口，第一个好入口，第二个不胀肚子，对，好不好？女生夏天最爱跟什么，跟好朋友们然后吃什么烧烤啊，然后吃我们的那个小龙虾啊，吃小龙虾吃烧烤就要喝我们的这个酒，好不好？因为它其实是带我们的原果汁含量的，对，它的含量高，刚刚说过了，高达 35%， 所以你喝起来的时候不涩口，又是比较偏清爽。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冷藏了之后喝更好喝哦，是的，好不好？加了一点冰块这样会更好喝，然后你也可以跟你的闺蜜稍微的做做一下，拿一个小菠萝当做一个那种水果酒也是可以的，有没有做做到，好不好？用这样的小做做的方式做做一下啊，因为我们的青梅原料是来自于我们的那个西岭雪山脚下的一个青梅山庄，所以整个的原料来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是的。168块钱一箱，一箱里面有6瓶，我们直播间56块钱6瓶给大家，很便宜了，他们家卖168一箱，我们直播间只要56一箱，对，准备好了吗？3、2、1，我们上链接喽！给大家链接上上来，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好，我们这是寒气的一个酒，对，所以大家开罐的时候不要剧烈摇晃，是，你要稍微静置一下，然后加一点点冰，在夏天就是快乐啊！真的很香哎，这个酒，这我一会儿可以干，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了，它的度数是5度，但是喝了也不要开车，未成年人也不能喝酒啊，千万不可以，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的苹果手机在8点钟准时开，然后我们的美们是9点吗？对不起。苹果手机9点钟吗？啊，你刚自己说9点，这么晚？苹果手机9点半，空气炸锅，我记错了。好吧，就这样吧。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的酒已经加货了啊，多多关注。然后我们的罗状元金汤螺蛳粉，还有我们的霸气果肉徐之郎，徐之郎，以及我们的花满楼，还有优普咖啡特伦苏，然后我们的古良吉吉以及斯凯奇，然后我们的云宝。紧紧标签机，然后就到了我们的手机咯。好的，好不好？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吧 ！iPad 明天晚上上，因为今天没到仓。好的，好不好？有仓库仓储有一点点的那个没有到仓，所以我们明天晚上帮大家上 iPad， 改一下时间啊、哦！来吧，所有女生们，罗状元金汤螺蛳粉，他们家是牛骨金汤，而且他们家采用的是牛大骨与鲜螺熬制而成的，而非传统的那种猪大骨。精彩，精彩！哎，你们看一下这个螺蛳粉，真的，这是什么？这是炸弹！我要缩粉了。这个吗？啊，你最近有看到炸弹吗？对啊，就是网上流行的那个。这就是螺蛳粉标配炸弹。啊，但是我这是煎荷包蛋，你知道炸弹是什么对不对？当然，就是一个热油锅，然后把蛋打蛋花，然后啪滋啊，就叫炸弹。对对对，是。你们可以试试吃螺蛳粉，自己做个炸弹，怎么做？就是把油稍微倒多一点点，然后把那个火开热一点，把油变成这种热油。然后呢，你把那个蛋打几颗打出来，然后把那个蛋嘟嘟嘟嘟捣碎，抛下，也不用从高空抛下了，就是直接倒进那个油锅里面，它就会变成那种炸弹，特别好吃。而且炸弹是螺蛳粉绝配的单品，
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这个螺蛳粉它是柳州大头甜蒜，是山泉水腌制，所以整个的话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拒绝用工业酸笋，良心食材啊！而且我们的猪骨头是12种新香料熬制10个小时，就真实的还原了我们柳州的一个风味。而且他们家的米粉的话是用到的广西优质大米，整个口感非常非常的 Q 弹。而且所有女生们、美们，他们家这一款的话也是在各个的线下的商超都有销售的哦，好吗？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料包，是超级多，真的超级多，这个料包米粉本人，米粉本人，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酸笋，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汤包，是，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醋，然后这是我们的花生，花生，然后腐竹包，油包，辣椒包，还有我们的这是酸笋包，酸笋，这是我们的腐竹包，这么多的料给大家。天猫店铺价39.9元，我们直播间26.9元三袋给大家哦，这个价格很便宜哦，26.9元三袋给大家。对，今天晚上有 iPhone 13 Pro 跟 Pro Max 都会上给大家，大家不要走开哦，上链接吧，我们来喽。对，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苹果耳机以及苹果手表已经全部上链接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拍了。这个辣油包大家适量而行，就是看自己是否能吃辣，然后包括那个酸笋，如果大家喜欢螺蛳粉的那个香味，是的，你可以不要加酸笋，但是其实酸笋是灵魂，灵魂、嗯、真的是灵魂，好不好？我们的螺蛳粉加好咯，45号宝贝链接拍立减26.9元到手三包，可以的，因为现在螺蛳粉行业非常卷，特别卷，非常，所有的品价格都是就是很低很低了，然后我们就直接再帮大家减一点点的钱，很透明，好不好？他们家39.9元三包，我们直播间26.9元三包啊，辛苦大家，如果地区可以买的女生们可以自己去拍起来了，好吗？辛苦辛苦哦，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来我们直接下一个咯，好不好？多多支持，多多关注，辛苦大家。来吧，我们下面一个是我们的喜之郎果肉果冻，卖得很好。对，喜之郎的话真的就是从小吃到大的，好不好？喜之郎的话就是以前哦，就是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结婚的时候啊，我们是那种过年的时候，姑姑啊啊，当然也会过年的时候也会了，舅舅啊会去买。对，所有女生们，喜之郎果肉果冻从小吃到大，他们家里面就是大颗果肉，我最喜欢吃他们家蜜橘果肉，他们家蜜橘果肉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吃，给大家看一下他里面的果肉大的。可以啊，这个是一大坨。对，这个是橘子，然后包括还有到的是我这个是葡萄和苹果。啊，葡萄跟苹果也很好吃。我超爱吃，你看这都是整颗的。是。然后还有到的是黄桃和蜜桃，它也是，你看这么大的一个黄桃果肉和蜜桃果肉。是的，他们家就是用超大杯的果肉美们做的我们真实可见的一个就是果冻，而且也是没必要吧。你吃。你吃。好，我吃。我不太喜欢吃这种特别的料理。Why？ 就是啊，创作灵感是，创作灵感是麦片真的吃不完了。OK。然后加一点点果冻，你吃一下果冻加麦片是什么口感？又脆又软，不知道就是那个应该用什么样的力量去咬它。OK。你可以试一下。我不用，谢谢你。上海地区买不了，因为现在上海地区物流还没有快，就还没有那个开通，所以如果开通了之后，我们会帮大家再上一波的，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没关系啊、哦。但是等一下我们的三 C 大件，上海地区应该可以买的，但是零食我们那种短保的就不给大家再发货了啊。所有女生们、美们，喜之郎果肉果冻59.9元到手一煞杯，我们每个口味有四杯，佳琪直播间39.9元到手一煞杯，三二一，喜之郎来喽！来，我们的蜜橘口味啊，黄桃蜜桃啊，以及我们的那个葡萄苹果啊，然后包括十斤口味，我们都会帮大家上链接，每个四个哦，而且零脂肪哦。太小的小朋友不要吃。对，太小小朋友要妈妈在旁边的时候监督哦，对，照顾一下，好不好？你看你大口吸入，有一点点呛到，会有危险，是好吗？啊，辛苦大家，我们的小龙虾调料是直接三个口味一起发给大家，就每个各一袋给大家。是的，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喜之郎果肉果冻。已经加好了哦，数量填一，39.9元一十二杯，可以去拍咯。对的，好不好？多多关注，辛苦大家。手机怎么充购物金？等一下我们来教大家吧，好吧？等一下我们卖那个13和13 Pro 的时候，我们教给大家，嗯，好不好？可以啊。等一下我们统一教大家如何充购物金了。如果你现在要买下滑详情页的第一瓶有充购物金，是，你自己看，其实它应该可以抵上那个最大额度的。对的，好吗？来下一个，我们的花满楼鲜花饼。鲜花饼就选花满楼，
好不好？鲜花饼大家真的可以去买买看。花满楼是我们的昆明本地的口碑品牌，他们家就坚持用好的食材以及天然的一些食材来给大家做到一个好吃的我们的鲜花饼。而且这次花满楼的鲜花饼我们也做到了不添加蔗糖的，对对对，它是用海藻糖来代替蔗糖的，清爽一些。是因为你知道很多女生都是，我们直播间女生都是说，佳琪我们想要轻食，佳琪我们想要零负担，我们想要负担稍微好少一点点。美们，我们真的帮大家做出来了那种零添加蔗糖的鲜花饼，但是口味也是清甜，但是不腻的那一种哦。对，因为大家也知道，其实，在昆明当地是非常盛产鲜花的，嗯，所以它是完完整整的花瓣入线，是的，它里面不会用干花，不会用碎花，也不会用保鲜花，就是新鲜花瓣，而且每一枚鲜花饼都是我们下单之后现烤现发，这是很棒的。我们发货时间就是烤制的当天的时间，对的，好不好？所以这个鲜花饼的话，就做到了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天猫店铺价48一盒，然后我觉得送人啊干嘛都可以。是佳琪直播间数量挺啊 ,49 块钱两盒。啊 ,16 枚哦。所有女生们数量挺啊，我们是49块钱两盒。一共有16枚，一盒是8枚。对。花满楼云南本地鲜花饼品牌打call，谢谢你。真的是云南本地的，因为我们去云南了，对，所以我们在云南看了这个鲜花饼，所以就觉得说这个鲜花饼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做推荐。对，就是像一般的商场其实都会有，是，然后他们回来之后都会把它作为伴手礼，伴手礼回来给同事吃啊什么的，很好。好不好？我们来上链接吧，谢谢大家支持花满楼，我们的鲜花饼来喽，47号链接哦，多多关注，数量填啊。第二箱不要钱，49块钱两箱。跟你们说一下味道，一个是经典的，然后另外是一个不添加蔗糖的。对，如果大家说我要轻负担清爽一些，你可以买那个不添加蔗 糖，它是海藻糖，它也是有甜度的啊。是、嗯、但是它是海藻糖代替蔗糖，会更加的轻负担，好不好？数量填二哦。好的，辛苦大家，我们的鲜花饼数量一定要填二，是多多关注加入直播间哦，辛苦大家。哇、okay. 这个、来吧，这个绝对卖爆炸，卖完。我跟你说，上一次我们卖那个超大盒，全部没有货。而且上次卖了巨好无比，今天晚上这个只有23000组，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所有女孩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跟你说，还好有泳谱，要不然我在家里面可能会过去，要不然我在家里面可能每天醒不过来。来，话也太晚，是。万丹给我们准备了冰块。都已经没有，现在是冰水。所有女生们等了好久了，终于来了，谢谢大家。 Everybody 这个时候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买闪萃液了吧，为什么要买浓缩液了吧。放到家里面真的喝不到咖啡的时候来一杯，真的感觉对神仙救命啊，那种感觉超快乐。嗯，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这样子的单独的盒装，我每天直播的时候都要喝完他们家，现在买不到啊。我每天直播的时候要喝很多很多的咖啡，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一直觉得把这个杯子，这个下面要把它取掉。你是没，它是没有拧紧，它是悬的。你到底会不会？嗯，哎，李佳琪，可能是什么堵着你了，是不是？感觉吸不上来那个水。要可能没有拧那个两个小人中间要拧紧。对了，对了。哎，聪明，可以了，真的可以了。等我一下啊，稍等一下，他处理一下他的吸管啊，因为真的有点吸不上来的感觉。往里塞，不对。哎哎，对对对，这样是对的。来，稍等一下啊，马上就我们来开始那个。哦，整理一下我的杯子啊。嗯。通了吧？顺畅多了。因为中间有空气啪出去了啊。是。嗯。你们就是昨天买的这个杯子的女生们，一定要记得把那个下面盖紧啊，要不然很难吸上来。好，所有女生们、美们，我们的永璞，我跟你们说，永璞咖啡做的真的非常棒，而他们家是所有女生们做浓缩咖啡液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家是做到了接近冷却到零度，瞬间锁鲜，然后保留咖啡的原味。他们家的话，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闪萃黑咖啡。零蔗糖，零脂肪，100%阿拉比卡咖啡豆，加水、加牛奶、加燕麦奶都很好喝。对，第二个我们榛果风味的黑咖啡也是零脂肪的，可可咖啡也是零脂肪的，然后我们的豆乳黑咖啡也是零脂肪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买他们家咖啡液，直接倒里头，而且他们家咖啡液比别人家里大多了，就哎，容量真的是大的，就是你可以冲泡一大杯。真的，他们家咖啡液的容量真的比一般的容量要大很多，所以你们就是真的可以冲泡一大杯。像刚刚我们加的是气泡水，是，然后你们加特仑苏牛奶拿铁来了，正常拿铁，可以再拿一个杯子，给旺旺来准备一杯拿铁，我来帮你准备豆乳风味拿铁，好贴心。来吧，所有女生们、美们，这个
你就直接把它打开哦，很简单，打开然后放到旁边，然后我们先拿牛奶，这样好看一点。对，啊，淋上去好看一点啊，嗯，可以的。我们讲究的是美学。是，就比如说啊，我今天想要喝一杯拿铁，我可以先把牛奶倒好，对吧？啊，等下我们的特仑苏打个广告，嗯，谢谢。然后我们再把我们的咖啡液倒进去，哎，这样就是一杯拿铁了，好不好？在家里面喝，这是我拉的花。我谢谢你，拉了一坨祥云。谢谢你，我干了啊。哎，这个就是在家自己轻松做美式，多简单，气泡美式，对，做拿铁都可以，好不好？然后你们家有椰奶，做我们的那个椰香拿铁 ，OK 的，都是很简单的，啊，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保质期365天常温，不用放冰箱，好吗？所有女生们在家直接喝到一杯我们的那个祥云，一朵祥云，喝一杯咖啡真的很舒服，豆乳超好喝。因为我而且加牛奶，他们家豆乳加牛奶超好喝，真的超好喝，好不好？所有女生们哦，豆乳的货真的非常少，只有一万。然后我们的那个黑咖啡一定要买，豆乳一定要买。所有女生们，你们可以自己选味道，数量填三，117块钱三盒，21克，我们会送大家一个收纳篮，就这种。所以你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咖啡丢进去，然后数量填六，234块钱42克，好吗？我们送我们的收纳篮，再加上我们的挂耳咖啡。他们家挂耳咖啡非常香，什么时候可以来？他们家挂耳咖啡非常香。其实我第一天就是真的在家里面居家已经真的不行了的第一天，我是喝的他们家挂耳咖啡。哎，我觉得他们家特别好，就是不做那种偏简单的咖啡，是的，他不做让大家喝上是假咖啡。是，但他们家的话就是不一样的口味，中国口味、可可口味、豆乳口味，一般做闪萃咖啡液不会做这些口味的。来吧，我们的永璞321，数量填三领60元优惠券，对，数量填六领120元优惠券。我们的咖啡上链接啦！是你，我建议大家拍六盒，真的，你们随便选口味，哦，把你喜欢的口味加入购物车，哦，一起下单就行了。我说了豆乳真的，豆乳非常好喝，女生你们会特别爱豆乳的，豆乳只有10000盒，女生真的就是爱喝，就是一点点奶制品，你就买两个黑咖，一盒豆乳。超级好喝，然后黑咖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无糖的美式咖啡。是黑咖下架了。黑咖其实它搭配度就会比较高，嗯，正常的美式可以做，然后拿铁可以做。是的。榛果的话，它其实是带着一点点浓香型那种果香，没错，它也好喝的。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的咖啡液下架了，我们再加货。非常好喝，这个，加好喽，我们的永璞加好喽，辛苦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谢谢大家，辛苦辛苦。好不好？多多关注，上海买不了啊啊！不好意思，那我们下次再来买吧。可不可以帮我拿一杯？我的，那个，再给他呛进去吧。你要什么？什么？没事。帮我拿一个豆乳，哦，然后再帮我拿一个我的舒化奶吧，好不好？谢谢你。因为第二波特仑苏了，哦，不能说。舒化奶我都喝光嘞。楼下应该还有吧？也没有了。那就燕麦奶。我给你买了三箱，我给你买了三箱。我已经很久没有牛奶了。我也很久没有牛奶，我现在真的怎么？我现在里面那么多牛奶不能喝呀！我也是很久没有舒化奶了，什么时候再播啊？你这种乳糖耐受的人为什么要跟我抢舒化奶啊？太好喝了吧！你真的，我想看怎么介绍特仑苏，来下一个特仑苏，帮我介绍啊！没有这个我喝不了，程度吧？嗯，这个我乳糖不耐受，帮我说，宋康说。我可以来说啊，没有问题。其实大家应该是非常了解特仑苏这个品牌。是，那特仑苏好喝吗？非常好喝。好喝在哪里呢？我们马上就开始跟大家说。舒化奶呢？你不要着急，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嗯，来，啊，说，加油，开心的表演。因为特仑苏其实它是依托于就是我们牛啊，还有舒化奶从哪里来的？是它锁起来了吗？我要那个拿一杯豆乳咖啡，然后把这个丢进去就行。OK。嗯。哦，哇哦。哇哦！8点钟我们的大额红包是每人5块钱的，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舒化奶是从哪里拿的？好不好？辛苦大家，你播特仑苏了。哦，对不起，对不起，两个是竞品，忘了。哦，跟大家说一下，特仑苏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因为小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其实喝的是蒙牛本品牌，是。但后面就是特仑苏，它其实算是一个高端款，然后这一款它是限定的一个专属牧场，是的。大家知道，牛奶其实非常考究它的原材料，就是它的培育的牧场和它的牛，对，好不好？因为他们家的话是用更高标准的一个要求，然后孕育出了每100毫升的牛奶里面含有3.6克的
天然优质乳蛋白，真的。一般的话是每100毫升的奶是 3.0 克就差不多了，这里好不好？但是我们是 3.6 克的优质乳蛋白，还有加上还有120毫克的天然高钙，对，所以它整个的营养程度会更加的丰富。小朋友特别爱喝豆特仑苏，而且有的时候女生们从小喝特仑苏喝到大的话，也是离不开特仑苏的。哦，特仑苏确实就是从日照、牧场、水源、牛奶本人、奶牛本人都是做到了很好的一个把关，而且他们家的车间的话也是有到指纹认证的一个车间管理，就科技的和科学的把控了我们的一个管理流程。他们家保质期180天常温，所以它很适合比如说办公室放一放，对，比如说我们的寝室里面放一放。哎，我跟大家说，其实我喝牛奶，我真的非常认同低温奶一定是好喝的。对，但是我说实话，特仑苏他们家的品质和口感真的是可以媲美低温奶的。是的，就你喝起来这种浓香味很足。而且刚刚你买了永璞的豆乳咖啡，你们一定要配特仑苏。我刚刚就是配特仑苏，那个奶就是真的会比较的重一点点，那个味道会更加的实在一些，好不好？所有女生们，天猫店铺价128，我们直播间不用了，每门98两盒。两箱给大家，两整箱，98两箱哦。我们今天是128，我们今天只到家只要98，然后我们再送大家10元天猫超市卡，下次买东西可以再用。或者是你自己在天猫超市的时候，你自己抵。是的，这是我们的天猫超市的活动哦。3、2、1，上链接啦！数量拍一拍立减，到手价格是98块钱两箱给到大家。是的，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对，我们的特仑苏纯牛奶来啦。专属牧场的同时，我们的产地奶源整体的产地是很好的，是。然后包括他们家，因为是大厂出品，大家知道蒙牛，理解下来其实就是关联到我们的牛奶是生产非常好的，没错。所以它非常科学的把握住整体的管理流程，好不好？我们的蒙牛上链接喽，下架了，我们来再加一下货啊！多多关注，辛苦大家。天猫超市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而且我们天猫超市的话，美们速度发货速度也是比较快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已经上链接了，上海地区现在发不了货，对的，不好意思，因为物流还没有完全开通，我们等过一段时间是。我们一箱是12盒，我们一共是24盒，两箱给大家，加起来是24盒，对的啊！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上链接喽。好不好？辛苦辛苦，谢谢谢谢谢谢大家。我们的特仑苏已经上链接了啊，然后永璞咖啡我们已经帮大家加好货了。等下永璞咖啡我跟你说稍微晚一点点就没货了，大家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永璞咖啡记得数量填三或者数量填六哦。啊，咖啡数量填三或者数量填六，辛苦辛苦辛苦大家。对的，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零食产品了，想买的女生可以再浏览一下。没错，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两个时尚谷凉吉吉以及我们的斯凯奇，还有我们的云宝腰部按摩仪和我们的紧紧标签机，还有到的是我们的华为 MatePad Pro 的10点，然后以及还有到的是我们的手机给到大家，然后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点音像素音箱，好不好？然后同样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科沃斯扫地洗烘一体机器人，对，同样山本空气炸锅9点半，我感觉都不要到9点半了，那我们还是速度可以加快一点点，对，但是我们的那个山本空气炸锅一定要到9点半，要不然等下会被骂。还有到的是外星人 X14 游戏本，就轻薄的女生适合的游戏本，见过最薄的外星人了，对，我都想买一台了，好不好？美们，这台是货源都没有的那种哦，这台是货源都没有的那一种哦，好吗？然后看一眼看一下啊，这是外星人，你相信吗？这么薄的外星人，这个真的是很薄。然后这么薄的外星人哦，而且这一次其实我们给大家上的是偏一点点女性设计的感觉，是的，就是比较柔美一点点，不会是那么的，你知道刚硬的那种感觉，对不对？这台是真的很好看。其实因为我们直播间女生也会比较多，然后李佳琦每次推荐外星人的时候都说，哎，给男朋友买，这次不用，给自己买，给自己买。哦，像个小电视机呢，就是很高的屏占比，包括体感上也特别好，是。很棒呢，处理器超棒，最新一代的 i7 处理器 ，OK，很厉害。你自己想买了？我今天晚上如果我可以买的话，我会自己买的。是真的，我会自己想买的耶。哪里不对吗？很厉害耶，而且还蛮顺滑的。而且今天力度也是有的，是这个是稀缺货源，今天在直播间有货。这个是很难有货的一台，因为上次我自己买了一台。好不好？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哦，辛苦大家啊！这台真的是稀缺货源，我今晚上自己回头抢一台。然后底下我们还有相物的一个折叠的一个纹拍，然后包括我们的科沃斯空气净化机器人，以及我们方太的烟罩套装哦，巨划算！烟罩套装都有，方太烟罩套装真的很棒，这个价格，今天晚上所有男生女生们买方太。
是今天我们没办法帮大家做展示，很多人家庭里面都是选方太1996年的一个准备了贴图，是好不好？但是方太的侧吸大套装风量巨大给大家，是的，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然后我们家还有爱丽丝的空气循环扇，松下的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以及 Pico 的所有女生们 VR 一体机游戏机，还有我们的空气那个松下的微波蒸汽烤箱、嗯、来了啊。然后还有到的是我们的九阳的破壁机，以及我们西数的一个硬盘，对的，然后飞利浦的电饭煲，然后尚明的按摩椅，九阳榨汁机，苏泊尔的一个就是真空保鲜封口机，没错，还有小熊的一个早餐机，小熊的一个绞肉机，还有我们芝麻的一个投影仪，我们只要999。对，我们今天投影仪999。今天晚上投影仪只要999块钱、嗯，是不是超划算？还有到的是我们的那个雷瓦的一个造型器，对，以及爱丽丝的除螨仪和我们的小视的修组器，可以的，好吗？这波来吧，红包雨来喽！这波是大红包雨啊，每人应该至少有5块钱。红包雨来喽！所有女生们，红包雨来了，赶快抢红包雨啦！对，因为今天是大店嘛，然后给大家发一个大红包，是，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手速快就可以抢到我们的红包喽！看能不能抢到？红包雨已经上链接了，你们看，哇哦！基本上平均每人5块，有人6块，有人5块，有人3块那一种啊。对，但是这个红包是真的蛮大的那一种，好吗？辛苦大家，来吧，下面一个我们的谷粮集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编织包，你们准备好了没有？谷粮集集这个你们要的，我帮你拿到了。谷粮集集今年非常火的一个编织系列的包包来了，这是谷粮集集第一次用到了针织面料和我们的牛剖层革的一个层次碰撞，就是让大家夏天拎起来特别轻。是我们这是小号，然后我们还有所有女生们中号的托特型，这种就是比较方便大家可能带出门的时候，或者你放个小笔记本，放个小电脑都完全没问题。宝妈也可以作为那个妈咪包，对的，你可以放，你看容量是非常广的。对，而且我觉得刚刚外线电脑绝对可以放进去，可以放，可以放，好吧？而且我们这个妈咪包的话，不是妈咪，这个托特包的话，它中间还有一个拉链，对，就是可以防止东西掉落和被别人偷掉。对，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保密的方式。嗯，然后包括我们还有一个这样的小绿色，哎，跟这个绿色很好看。这种小包包它可以作为一个什么，作为一个小的斜肩带的一个包包，是可以做这样的一个斜拎。所有女生们，谷粮集集他们家是中国设计师品牌，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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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的。我们也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贴图哦，我们那种搭配的一个效果，对，好不好？这个是纯绿色，是比较适合夏天和春天。哎，你跟你说，夏天穿这种牛仔裤，然后穿这种衬衣的时候，你搭这种格纹其实是蛮好搭的，对，特别像这种黑色衣服，你买这种黑白款真的很帅。哎呀，包括我觉得你们出一些海边玩啊，或者去踏踏青啊，就是方便，就是好装，好不好？啥都可以装。现在出门吧，一个手机是要带的啊，一个小卡包是要带的，要的。还有什么？还有你们要放些什么化妆品啊、口红啊、香水啊，然后还要放什么？还要放消毒纸巾啊、湿巾啊，各种，对，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这个容量绝对可以，绝对 OK。虽然它看上去小小，但它里面的着物量真的是大开口，着物量。着物量非常够，你可以把我们的小肩带取下来当做我们的小手拎，对，你也可以上我们的小肩带当做我们的斜挎包，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谷粮集集这个现在在线下的一些买手店的价格，大号899，小号659，佳琪直播间大号599，小号459，是的，这个价格可以买到谷粮集集，冲吧，好不好？对的，我们今天的货大号是拍立姐100元领200元优惠券，小号是直接领200元优惠券就行了。是3、2、1，我们上链接喽。对，如果上班通勤女生，我建议大家可以买大号。对，其实你要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实用性，就是心里会安心一些。没错。如果大家说，哎，日常 OK， 我想要一个小包包，这个的话，这个是个小号，小号标配到的是我们正常的手提的方式，包括大家有个衔接带。它是牛剖层革再加我们的织物哦，这里是剖层革，好不好？所以它整个的层次感也会比较的好看一些。我们的谷粮集集加好喽，领200元优惠券，赶紧抢谷粮集集的包包。对，你们一边看视频，我一边教大家领券哦。点开链接往下滑，详情页这边给大家准备了200元的优惠券，实付到手的价格，大号是599，小号是459元。对的，好吗？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已经上链接喽。偏休闲风，领200元优惠券，一定要记得领200元优惠券，因为谷粮集在线下的话是不捡钱的。对，你知道一些买手店，你买到多少钱，它可以打个98折。真的98折，因为谷粮集集其实目前线下实体店他本人的铺货量非常大，对，然后而且很受欢迎，其实他在一些就是 KOL 里边啊认知度很 高，包括小某书大家也能看到非常多的穿搭视频，其实都是他们家搭配的，对的啊，之前那个淘淘包，没错啊，之前那个小烟盒包都特别火，里面是一个大开口啊，然后中间有一个那个拉链，让大家就比较的方便的取物，而且可以很好的做置物啊。
辛苦大家，我们的谷粮集齐的包已经帮大家加好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拍。下面一个，我们斯凯奇的速干运动裤，这一条给我买，所有女生们，男生这条给我留两条，谢谢你。速干全给你。我跟你说，非常舒服，巨舒服，无比舒服。速干的。我跟你们说，男生夏天很喜欢穿这种裤子的，特别是那种运动男生啊，然后包括那种还在上大学的那一种男孩、女孩们都会选择这种裤子。这种裤子哦，第一个特别的滑，而且第二它比较的薄，第三个它用速干，如果你流了汗，它干的会非常非常的快。对，有的时候男生陪女朋友一起去海边玩、三亚玩，其实就会穿这种裤子，对吧？第一个就是很舒服，第二个它可以做防晒，第三个它有弹性，它第四个也不会勒，第五个它还会速干。速干这个点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夏天因为平时真的不太热了，这两天运动才知道速干的重要性。而且男生在夏天不喜欢穿牛仔裤，因为男生牛仔裤是一年四季都穿的一条。男生的牛仔裤没有什么厚款、中款、毛薄款，男生牛仔裤只有一条。哎，冬天穿的牛仔裤，你夏天再穿会热飞起来，你就买这种运动速腿裤给他。就是舒服。对，真的舒服，好不好？然后我们今天有黑色，然后这个是比较偏那种藏蓝色，对。然后还有到的是我们的深蓝色，给到大家。天猫店铺价是259一条，我们今天到手价只要139一条。我们来看一下女款。好不好？女款的话，我们就帮大家展示一个颜色啊，就是我们的这种偏紫调的一个颜色。其实版型上来说是大差不差的。然后它是那种阔腿版型，对。然后下面做了一个小竖角而已。是非常贴心的一点，就是我们把就男生的那个系腰带其实是在外缝的，是我们女生是放在内缝的。包括 logo， 女生的话是这边会有一个对应小小 logo 的 logo， 然后男生的话是大 S logo， 对，在这边是一个大 S， 然后我们旁边都是有口袋的，没错，嗯，好不好？所有女生们准备好了吗？斯凯奇他们家。所有女生们、美们的鞋，我们已经帮大家上上来了。他们家的鞋，大家今天可以直接去拍的那一种啊，在我们的宝贝链接的15号宝贝斯凯奇的鞋已经卖了1000双了。所有女生们，这条裤子259，我们直播间139，来吧！所有女生们，尺码推荐，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 okay. 好不好？100斤以下 S 码， 120 斤 M 码， 140 斤 L 码， 160 斤 XL 码， 180 斤 XXL 码，你们准备喽，三。2、1，我们上链接来吧。对，女款的话对应是三个颜色，男款对应也是三个颜色，上面搭配什么运动套装啊，或者搭一些小 T 恤都可以。德龙下架了，真假的？德龙咖啡机还有货吗？德龙咖啡机又卖完了，上次我们就卖完了。也太不需要我拉花了吧？德龙咖啡机已经卖完了，我们看看还没有没有货，可以帮大家加一加哦，辛苦大家，来吧，我们上链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斯凯奇的裤子51宝贝开链接了，大家赶紧抢，这个价格真棒。已经挂链接挂上来了，你抓紧时间去拍吧、好不好？辛苦大家，上次的裤子真的绝了，哪一条裤子啊？每次的裤子都很绝。啊，我们直播间裤子还蛮受欢迎的，嗯，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斯凯奇的速干运动裤，大家可以直接拍起来喽，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苹果手机9点准时上链接，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担待一下，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谷粮集齐黑色没有了，谷粮集齐黑色现货全部下架了，大号托特没了。只能15天预售，看一下，只能15天预售了。谷粮集齐的黑色棕色也没有了，现货。我们在家都这样。哇、谷粮还是谷粮，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卖包了。卖，我们很久没有卖时尚，我感觉我们回去就卖时尚，应该卖非常好。真的，好不好？谷粮集齐很多包包，我们都帮大家选好了，大家就等待吧，好不好？因为谷粮集齐是湖南老板，我也是湖南人，所以他们就对我们直播间特别好。就给我们很大的活动力度，对，而且有的时候那种限量款都专门为我们直播间留，他们做了都不卖，然后就留到我们的直播间卖，所以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湖南品牌谷粮集齐，好不好？湖南老板不是湖南品牌，是湖南品牌，哎，是上海品牌还是湖南品牌来的？我不知道哎，反正他们两个老板两个人都是湖南人，一个叫谷粮，一个叫集齐，他们是一对夫妻，所以叫做谷粮集齐，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老板在运营，是，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但是我觉得很好，有时装品牌可以。真的就在社交媒体上这么火，而且是国货设计师品牌，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好不好？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潮店节，8点了，我们的所有女生们，所有潮店的优惠券都已经上上来了，大家可以的，来一起给我们一起买我们今晚的小潮店，好吗？第一个紧紧标签机，第一个云宝先啊，好，我们来云宝按摩腰枕来了，好吧，我们的云宝的按摩腰枕来了，腰靠来了，好不好？辛苦大家，哎，你是不是要搞一个什么？来吧，你先搞。来，3、2、1，进。潮店节开始喽、啊！配合一下我们同事啊，毕竟图都做完了，好不好？做完了也不要白做这种图，好吗？嗯。就有帅吧？刚刚那个是帅的吧？没有反应过来。
你们是没有反应过来吧？好冷，笑死！来吧，所有女生们，因为我们同事都已经把这个视频做完了嘛，好吧，是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了。因为刚刚前面都不是我们的那个潮店啊，潮店八点钟准时开始，因为我们今天八点钟所有的平台的优惠券都上上来了啊。来吧，云宝的腰部按摩仪，你知道这一款我跟你说真的非常非常的好，而且上次我们播的时候女生们爱的不行。上一次是三八期间，对的，非常好。今天是三八期间，而且我们好多女生爱到不行。先看我们的颜值吧，妹妹，一个牛油果。对。它就是一个牛油果，而且哦，所有女生们，你不想按摩，你就用这边做你的腰靠，然后靠的地方当做一个倚靠去做。对。然后如果你想按摩的时候，你再这样反过来，然后你就腰就贴在这上面。它是用四个美门，四个就是手掌平衡的那种按摩头，帮你感觉用那种手掌去揉捏你的那个腰部。是。上班族嘛，坐久了啊，或者姿势不正确，导致腰痛。很疲劳，然后包括坐在那里上班，就感觉整个就是很不舒服很累，你就可以用它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腰背。对，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日常然后家居办公的一个好物，特别对，我觉得送给妈妈爸爸也可以。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最好用的方法是什么，是妹妹，你稍微把它这样平躺，如果你可以平躺的情况下，你稍微把脚压在这个上面，帮你的脚做一个按摩也很舒服，然后你还可以用那个背稍微的往上躺一下做一个负压，我跟你说按摩真的爽到飞起来。哦，这个可不可以放在车上啊，你车停在路边上的时候可以，好不好？你车停在路边上，你中途想按个摩可以，但是不要一边开车一边按摩，这样会容易出现危险啊。是，这个我们不建议。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模式的介绍吧。是，其实你发现没，我们没插电。对，它是无线的哦。对，很多女生说啊，我拖拉线太麻烦了。嗯，我就是单纯就在工位上，我稍微的放松一下，它其实是一个无线操作。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正常的开机键，常来说给它开关机。是的。单独摁的话，一共是三档模式去做到一个自由的。然后，如果你屁股都坐痛了，你可以来按屁股都可以。可以的，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我们是三种模式，两种仿人手按摩的方式，三种模式可以自由调节，有舒缓模式啊，活力模式啊，综合模式啊。它就是像人帮你在做推拿那种感觉，胶在这里吧，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很舒服。你看一下我们后面的一个展示图片哦。对，因为它对应来说不是那种上面有很多小凸点的，嗯，这样的话没有办法日常做腰靠，它其实是比较偏平的，就是大家在手的手掌心的这个位置去帮它做一个这样的揉捏。对的，哎，这个真的是很到位、很到底、很舒服的。没错，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云宝他们家的话专门做这种，就是比较偏小巧的按摩的一些仪器，然后他们家的话做的也品质非常非常的棒。然后这款的话，我们这边的海绵也是记忆海绵，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它不会干嘛，不会容易扁下去。然后你看，比如说你把小腿放上去按摩都可以。好不好？小腿也可以放到上面去按摩哦。然后它有温热模式，也可以帮你稍微暖一暖身，好吗？天猫店铺价999，我们直播间到手价499，领470的优惠券，再领30元的平台券。我们每门一年以内以换代修，只要有任何问题，我们直接换新，质量保六期免息，15天无理由退换货。嗯，三。2、1，我们云宝腰部按摩仪，我们上链接啦。对，然后包括我们这边会有直接的这种温热模式，嗯，大家可以做哪，就是因为疲惫部位，你的肌肉会比较偏紧张一些，酸，嗯，对，让它做到一个放松。然后另外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样科学分区的一个图，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是的，腰部，然后我们的那个就是背部，然后包括我们臀部支撑以及两侧的支撑，所以你不按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支撑腰靠，让你坐在办公室里面。啊，比较的放松一些。这里面其实内心它是一个慢回弹的一个记忆棉，对，就是柔软的同时，它的支撑力又是很强的啊，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它可以作为一个小腰靠，日常可以作为按摩仪。没错，好不好？我们的腰部按摩器上链接喽，52号宝贝美们领取我们的470元优惠券，六期免息，然后以换代修啊。好不好？我们有任何问题，一年之内以换代修，两个颜色，一个绿色，一个灰色，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来了，我们下面一个，所有女生们，紧紧标签机直播间的大爆品，来，好不好？紧紧标签机要来了，牛油果绿色下架喽！我们再帮大家加一下牛油果绿色 ，OK， 好吗？多多关注哦，辛苦大家，牛油果绿色，我们马上再加一下货啊，可以的，多多关注，来吧，我们的紧紧标签。这个大家应该不陌生啊，我们第一次卖的时候全部下架。我跟你们说贼好用，真的，你们一定要去买它。今天只有8000个，我们所有公司的同事都有它。为什么？以前他们是用那个便利贴贴上去，然后写几月几号几月几号什么什么试用。对。然后现在都是用紧紧标签机打，因为有一些洗发水沐浴露，如果是用笔写的话，我的洗发水沐浴露一领，我都不知道谁的产品是什么时候来的佳琪直播间，好不好？所以你们就可以直接我们的紧紧标签机做打字，然后包括所有女生们我们用的化妆品。
比如说我们啊，就是我们马上要播这个最像啊，过期快过期。比如说我们开封之后，这个精华要几，在比如说半年之内用完，嗯，六个月用完，三个月用完那种，你就可以在开启的时候你就打一个字，比如说我们这个是要多久用完，你就把它贴上去，然后几月几号开启的，几月几号结束，你这样子你的护肤品不会出现一些活性问题的问题啊，活性的问题。对，包括大家其实是开关，就家里李佳琦家的开关，我至今为止。昨天上床之前他们说我在蹦迪，结果把所有开关咚咚咚看到那边最后也没有关，那个汪家人给我吵醒了、嗯、然后呢你就可以做一个这样类似的标签，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大灯，那个就是环形灯啊，贴一下就行了。对，这个非常的简单。然后包括所有女生们，你看这个是我同事、啊、拿给我选品的啊，看一下所有女生们，这是我们的那个黑绷带，嗯，这是赫莲娜白绷带的全新版本，全新版本的内料啊，还就是实验室版本，对，然后给我的，然后什么时候给我的，然后谁给我的，然后它是上面有一些信息什么什么怎么样，它都会写的非常非常的详细，而且美眉它的字不会花掉，好吗？对。然后包括给小朋友粘一粘它的一个课本都是可以的，我给大家。然后包括所有女生们厨房里面的瓶瓶罐罐啊，什么时候来的，日期是多少，大家都可以把它贴起来。对，我们下载一个这样的景景标签机、嗯、其实里面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给大家做一些这种分布的参考，比如说一些杂物的收纳，一些食品，像食品开了罐之后，开了封之后，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期，什么时候是开的。然后包括很多女生现在爱做小手账嘛，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标签它其实上面是有会有贴纸的，这样的话大家对应的话现在碰到我了啊，然后就可以直接的这样做粘贴啊，做一些文件的收纳。有一些小朋友他会有一些类似的错题集，是。那我给大家做一个演示，然后我们这边点开新建标签，我们直接点击连续标签，双击你就可以输入内容了。比如说我输一个李佳琦，然后对应我们还会有一些花字的模板，然后大家也可以往上去做一些粘贴，这个是针对一些手账功能的，还有到的是贴图，对，因为它会有这样非常有趣味的一些卡通画，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复制，好，然后我们这样直接打印，你看连接完成之后，它这边就打印出来了，来喽，立马就出来了，是不是很棒？然后一按它就可以下来了。它这边的话，所有女生们、美们，就是它把它旁边这个的话，就是剪切的都比较的偏平整，对对对。然后下面的话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中缝的一个粘贴条，你就从中间把这个胶条撕开，然后呢就直接粘在哪里，然后就直接。我就粘到这里可以啊，就是你的紧紧标签机了，就嗯，好吧，你看就粘好了，这是我的了，就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好不好？你想打成什么样就打成什么样，嗯，好不好？所有女生们、美们，轻轻松松可以打各种标签，解决家庭里面分类的一个难题。紧紧标签机，天猫店铺价，我们今晚有套餐三卷标签纸，然后还有三卷标签纸的颜色不同，和我们的。来，我们看头顶上方。好，来，快，就这样。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卖过很多次紧紧标签机，是贴不贴心啊？上次刷头像没搞。我们所有女生们、美们有专门卖标签贴纸，有我们的机器带标签贴纸，好吧？对。这个两个是两个颜色，随便一个啊，你可以自己选一个颜色。对，不是两台机器哦，是一台机器。是紧紧标签机。一台机器搭一卷纸99，一台机器搭三卷纸四卷纸139，然后三卷纸42。三卷纸这个颜色42、哎、这个颜色49、哎、好了，好吗？所以刚刚没说明白，可能 Do you understand? Yeah， 明白了吗，美们？ Yes, 老师是的，简不简单，这样的贴图方式就会比较的方便哦，好不好？高清的还是标清的？算高清了吧，它其实就是打字又不是图像，字体是很清楚的，对，字体还是很清晰的、哦、它不是那种像素点，给大家在近距离可以贴，包括你看这种手描画都是清楚的，对啊、哦、好吧，我跟你说买标签机，你相信佳琪就买紧紧标签机，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来，3、2、1，拍立减不需要领取优惠券，我们的紧紧来咯。佳琪想要渴望，我也想要渴望了，真的，我也想渴望吃，我不能吃都吃不起，好吧，他现在没有货，国产旗舰店、嗯、是的，所以海外的我们省起来会有点困难度，麻烦一点点，所以但是我们还是会帮大家去争取，好吗？因为我也自己买的、嗯、对。哎，还有一个点就是大家有一些买回去其实是英文的产品，看不懂，看不懂，对不对？家里看不懂、嗯、可能对应哎，这个到底是爷爷奶奶看那个到底哪个是洗发水，哪个是护发素，搞不清哪个是洗身体的，哪个是洗头的，妈妈爸爸搞不懂，你们把它直接用那个紧紧标签去打个字贴起来，盐啊糖啊味精啊搞不懂，贴一贴，哎，这个我跟你说太整齐了，好不好？真的很好看，而且你们家真的会井井有条，就是紧紧标签机收纳小天才，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的紧紧标签机大家赶快买起来啊！
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哦。买过我们机器的女生们，要买我们的耗材的女生也赶快买起来。然后这是 Top C 的一个充电哦，它不需要电池，好吗？我们 Top C 的充电就可以了啊，它不需要电池的啊。多多关注，辛苦大家，我们的紧急标签机已经加好了哦，谢谢大家的支持。下一个，我们的点音像素音箱要来了哦，多多关注，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对，先给大家看一下款啊。紧紧标签机加好了，大家可以自己去拍咯。然后记得要买那个耗材的女生们，要补耗材的赶快补耗材吧，好吧？要补耗材赶快补耗材。我跟你说这个非常好玩，它又是个音箱又是个游戏机，好不好？它又是个音箱又是个游戏机。拿这台做演示，别给我开机，一会儿串联了。嗯，那你拿这个，那现在很危险的，现在连接也是我。你看所有女生们可不可爱，它像不像一个小电脑，而且它是个小游戏机哦。对，然后它是可以直接来放吧。等一下啊，我要找到你的版本歌，我们来放一首李佳琦的版本。你不要点错歌，你不要切下一首李佳琦。李佳琦，我、哦、控制住了，我们先把歌放了。这个所有女生，我们来喽！音质还不错吧？来给大家拜拜喽！足够了。大牌口红遮着我这是最美的美美漂亮的魔法哦，五克拉的嘴巴不许说所有女生都听好了一定要抢到快来一起买买买呀，是不是它这里其实会有对应的歌词，是通过这个然后我们就一边放歌一边听歌，它像一个小的那个小电视，然后你看哦，这里哦是加号就是加音量，哎，对啊，那 你别关掉，加号就是加音量，然后减号就是减音量，对，而且就像玩游戏机那种感觉，它特别像正常的轻轴那个键盘、哦、好嗨哟、哦然后还有啊，下一首，下一首你要给我下一首，下一首没版权，我谢谢你啊，就这样好不好？然后下一首就回到了我们的买它了 ，OK， 好不好？然后就非常非常的简单，而且它还可以玩游戏机，对。然后我跟你说有那个，等一下啊，确认，嗯，它会有什么俄罗斯方块，对，然后贪吃蛇，你会吗？就可以玩，它会有很多游戏功能，贪吃蛇啊，游戏机，其实大家，然后包括有一些弹球功能，嗯啊。然后这个是菜单键，然后这个是左右的选择，包括呀呀呀，都啥歌呀？还好两秒钟，你不要，真的不要笑，好不好？就是它这个上面可以玩一下小游戏，给大家看一下吧，就很可爱。我们回到这边主菜单，然后主菜单其实很方便，我们有正常的音乐，嗯、然后有到一些绘画，绘画，你可以自己搞一个你喜欢的像素，对，作为我们的屏幕，然后设置正常的闹铃，都有，可以放在床头当一个小闹钟，是的。然后包括游戏，然后点击确认，然后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游戏啊。有女生说，我退休之前只能听到一首歌，就是买它在直播间，哎，就是这么的可怜。好吧，没有时间出新歌。嗯嗯啊、嗯，你可以放我唱那首啊。我们的明天啊。嗯，不用了，谢谢你。你还要找中国传媒大学授权？对，好不好？辛苦大家，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点音像素音箱是不是很可爱？而且我觉得摆在那个家里面，别人会觉得说哦。你们家的音箱也太可爱了吧！电视也太小了吧！你说不，这是音箱。对，好不好就可以聊起来了。而且哦，所有女生们，我们这一款的话，就是有到睡眠音乐，再加灯光，再加留言机，还有日程安排，它都可以做到。是的。我们的其他功能，还有在 APP 里面可以设置我们的闹钟，好吗？每天就可以叫你起床。天猫店铺价499，我们直播间只要369。刚刚那个音质已经很好了呗。它其实作为音箱，它内里的腔体的环绕感已经很好，而且是有保真的，好不好？来领100元优惠券，3、2、1，我们上链接喽！对，怎么感觉我现在在唱买它？3、2、1，上链接买爱它。然后对应我们这个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盒子，包括大家要送礼物也可以，对，把它当做生日礼物送给你的闺蜜，送给你的朋友都可以。我觉得质感很好，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点音像素音箱已经上链接了，是的，领100元优惠券，再加30元的平台优惠券，369到手哦，是，好不好？多多关注哦，辛苦大家，给你们再听下声音，可不可以快进一点？就听我妹妹唱就行了。买我，买它。可以啊，我都不记得了。3、2、1，上链接。不对，这个我真的不记得了。
音质很好的哦，而且你如果买两个的话，它的音质会更加的好一些。就您可以一起放。对啊，音乐也会更大一点点啊。好嘞，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大家可以直接去买起来吧。送给在座的各位了。在我们的宝贝链接的54号宝贝哦，我们的那个点音像素音箱啊，它的像素表示这个。对，这个波点就是表示像素。它其实颗粒像素不是它画质不好，是它模拟成我们那种复古的那种感觉。对的，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九点钟是我们的手机，九点半是我们的空气炸锅。这么快。下一个，我们的科沃斯 AI 扫拖洗烘一体机器人，这个超棒！我跟你说，我自己都买了。那给我一下。这一台我自己都买了。哎，科沃斯，你在哪儿啊？科沃斯呢？科沃斯本人呢？为什么只有一个仓在这里？来了，这个我们只能给大家看颜值啊，我们没有办法帮大家。视频。对，就是推出让他工作，但是我们有视频。我天，顶死我了！这个鸡蛋。我们就先放在这儿，是好不好，给大家看一下。所有女生们，这一台真的非常亮。如果你们家哦没有买过扫地机器人，你就是在等扫地机器人出新品啊！我告诉你们，今天晚上你等对了，为什么？这就是扫地机器人最新单品，什么意思？我觉得三四年不会被迭代，我觉得是三四年真的不会被迭代。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三四年前的扫地机器人，那个时候刚出来，大家都疯狂买，然后每一个半年就迭代一个，升级一个，每个半年就出一个新品。这个新品，所有女生们真的花了三四年，他们把基站都做好了。目前，因为以前扫地机器人，我们只让它出去扫，对，去把东西集成合到里面，然后你自己就要倒垃圾，对，它不能拖。现在升级成又可以扫又可以拖，然后升级成你不用洗它，它自己可以做清洗。不用洗我们底部抹布。对，它自己可以清洗，可以扫，可以拖，好不好？真的就帮我们的女生们、男生们解放双手，让你们的手不会那么的糙。其实市面上大家应该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品牌出了类似的产品。是的，这款可以说是把所有的类目啊，类似集合集合了。因为这一款，所有女生们，我们的 T10 是不用遥控器，你只要说一句就可以让你们的家里面干干净净。它叫什么来着？它叫什么来着？它叫。你叫什么来着？他叫什么来着？有一个话题，你上次跟他聊了对半天，我跟他叫什么？他叫什么来着？他是你是他叫什么来着？唤醒的简称。他叫啥来着？小柯，小柯。不是不是。小沃，小沃。Yuko。叫 Yuko。哦哦 ，Yuko， 不是什么口，反正是。他叫 Vicky。他叫 Eco。对，他叫 Eco， 他叫 Eco， 他叫 Eco， 对，然后你就可以说 Eco， 帮我去扫那个我的厨房，他就会说收到，滴滴就过去了，然后会说，比如说你站那个地方很脏，你说 Eco， 看我到我这来，他就会到你那儿，对，他会寻声，他会去找你，嗯，然后他可以去把你那个影像，就是他可以找到一个人的影像，他找你，然后到你那个地方去。对，他很厉害，其实我们现在没办法做展示，是，好不好？而且他的所有女生们边刷，包括他的一个下面的一个刷布，都做到了非常非常的好。他的边刷是加强边刷，对，整个他可以更大的范围内把所有的脏东西全部都往里面走。他是这样子的边刷，比如说这边有脏颗粒，嗯，他朝内去做一个汇拢的同时，我们的大吸力直接吸到我们的尘盒里边，是。然后我们还用到了模拟大家人手擦嘛擦地，这样子是打转式的擦，螺旋式往复式的。去把我们脏污去做到一个清洁，没错。而且哦，所有女生们，很多人都说我不喜欢洗那个扫地机器人的那个抹布，觉得太脏了，或者觉得就搞得手上很不舒服。基站本人，所有女生们，她自己洗，自动帮你洗抹布，自动帮你烘干抹布。梅雨季节，所有女生们都不会有任何的脏东西，也不会有任何的细菌，对，好吗？因为它里面是做到了银离子的一个除菌，然后基站做到自清洁，你只要做到一个上下水就行，或者你只要做到一个把我们的那个污水倒掉就行。对，我们会有一个污水箱，一个干水箱，嗯，然后中间很贴心啊，我们把日常的一些清洁剂，其实我们可以放在这个基站内部。是的啊，所以大家日常清洁起来，你不用说哎多次去找东西，很方便。对，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它其实真的是一个 AI 机器人，它可以帮你第一做家里的建图，第二帮你看一下家里的小宠物到底在干嘛。之前原价买了一个，哦，谢谢你。而且我今天是比首发还要便宜，我们这次比首发还要便宜。啊，3月5号到3月28号，在我们直播间花3899买下的女生们，对，我们可以退100元差价，因为我们今天帮大家又拿到了更便宜的价格，是3799到手。4799，我们直接减1000块，3799。3月5号在我们直播间买过那一台的女生们，直接退差价，我都可以去找他们退差价了。67免息分期，好不好？67免息分期给大家，你们准备好了吗？真真正正解放双手的
基站扫地机器人，我们的科沃斯，买扫地机器人就等于要买科沃斯，这件是真的，好不好？就等着约等号了，已经。来，三二一，我们上链接喽。对，领1000元的优惠券，今天是平台潮电节，大家赶紧领券购买我们的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喽。然后给大家再顺延说一下哦，这个其实是一个 AI 机器人，刚说到的，它可以识别非常多的物体，对，比如说像电线、鞋子、垃圾桶，然后包括其实你放在地面上，有一些家庭会放一些大花瓶，是的，然后一些就是那种什么就置物的一些装置，它都可以智能的避开，包括它是一个移动视频的管家，你不在家和在家都可以，比如说跟家里的老人互动，跟家里的宠物互动，甚至它还可以拍照，对的，它以前以往是通过比如说撞击，就是我在这边会有一个撞击框触碰、嗯、对，然后我再回去，它可以设定一个这样的界限，这一次是通过这个小眼睛，对的，帮大家，而且它是可以，而且它的小眼睛可以找到你哦、嗯、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比如说你突然不小心打翻了一桶泡面，是，你就说那个一口一口来我这儿打扫，他就会到你那儿打扫那个泡面，对，他就不会把全屋全部重新再扫一遍，所以没必要，这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智能、哦、这个基站也是有到的，起抹布有到的，是我们正常的银离子除菌，大家要选配模板啊、哦，这个是要单独购买的，是的，我们卖了1000台咯，大家赶快抢，刚刚月销1000，现在月销2000了，大家赶快去拍吧，很聪明，真的是很棒的一台扫地机器人，你们真的可以买它，你绝对会说哇好好用，你知道很多人首发的时候都是什么直接原价买，我们就等到他们减第一波钱的时候我们才上他们家的产品，其实上次减了900块，我们这是减1000块，我们很不好意思，上次买的女生买没问题，我们会退100块钱是差价，对，然后包括我们增加了赠品，是，我们会送大家美们我们的随手吸一个，我们会补发100块钱给你们，然后再加一个这个随手吸，上次买的女生没有随手吸，这是我们送随手吸一样，我们直播间就是平等力度，是的，这一次因为真实随手吸他们家也是899，那个随手吸就吸沙发缝缝，吸我们的车里面，好不好？可以，随手吸，我们来图片展示一下，在这边，好，这里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我们899元的随手吸，我们送过很多次的。这个的话，比如说像吸一些鼠标键盘，一些狭小的缝隙，然后车，对，车里内饰都可以，都可以用它来吸哦、嗯，好不好？辛苦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谢谢大家，因为我们今天晚上是我们的那个潮品日，但是我们帮大家补发随手吸以及我们的差价100元，对，因为是买贵的，这是不是很好？好不好？你们买贵了，让你们可以提前享用，包括618，如果价格再低，我们到时候再帮大家做一波。我觉得应该低不下去了。我觉得应该他们家也不会低，应该这就是618的活动了。对，然后本身的配件里面都是含的，含抹布，含我们的那个边刷。是在嘉里直播间买产品啊，我们还是有保障的，好不好？真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2个月左右的时间哦，都还是帮大家补发，还是退大家差价那一种，对，好吗？为什么价格不是3799？你们要领优惠券哦。来教大家一下，往下滑，你去。往下滑领1000元的优惠券哦，55号宝贝，看哦，点击一下往下滑，这边有1000元的优惠券，看，详细页面往下滑一滑，有1000元的优惠券，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科沃斯大家赶快排起来，这个真的绝对棒的，你买回家绝对说超好用，好吗？送抹布吗？我们自带会有配套的哦，但是如果你们要自己再去买一些替换的话，你们就可以去店铺买，好吧？嗯，以前买了老款的怎么办？没有以旧换新的服务啊，买了老款那就是买了老款的，那你提前已经用了这么多年了呀，好不好？你可以再买新款了，好吗？老款的就自己用或者给别人用都可以，好不好？辛苦大家，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哦。第一次女生买了没有随手吸的女生们，只要在嘉实直播间下单，我们会送随手吸，嗯，再补发客服，补发一个随手吸给你，再补发100块钱的差价给你，是的，好不好？联系客服就行了啊。辛苦辛苦，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吧，我们的科沃斯 AI 洗烘一体机已经加货咯，所以科沃斯呢又有品牌能力，产品又好啊，老板又负责任，对吧？买早了的女生们贵了100块，少了一个随手吸，直接补发，大集团没问题，会有质量保证的、嗯、大家这一点放心啊。然后刚刚也说过，这一台真的是兼容现在市面上的，这次我们直播间是额外加重随手吸，加赠随手吸3000台了，所有女生们，这个价位段真的是高的，但是我们直接卖了3000台了，嗯，好吧，但是大家真的是很认可这个单品的，是的，好吗？我们今天都是送随手吸啊，3799加随手吸，有的，好不好？很多女生在等啊，扫地机器人很久没来，下一个，我们有没有那个宅女？宅男宅女们，女生先上链接，我看可不可以买，我想买。所有女生们，美、啊、们，外星人笔记本这台非常缺货的轻薄外星人来了。
我拿到了800台哦，谢谢外星人你全家。618我们双十一多来一点好不好？脑子瓦特了，好不好？真的谢谢外星人，我跟你们说，白色款外星人，而且这个的话颜值主打轻薄跟便携，你知道多少人男生女孩喜欢外星人啊？好不好？以前外星人只能放在家用，为什么？那个黑色那一款我也买了，贼大、贼客气、贼漂亮那一种，哦，贼帅，那种男生特别爱。但是那种你如果要把它放到托特包包里面背着去上班，负担太，哇，太重了，那可能手在那个地铁上都要提断了。但这一台所有女生们、美们主打轻薄便携，但兼顾了游戏体验，同时性能的同时还做了很轻薄。他们家最大突破了。厚度只有 14.5mm， 我以前都不敢做这个动作，因为外星人会偏厚一些，真的厚。给大家看一下侧边，但是非常薄。对，这次我直接是一个手指的厚度，是的，你自己拿出你自己的手指比一下，哎，啊，外星人变得薄了。当别人都在咖啡厅里面拿那个裹的时候，你拿出来外星人电脑，别人会说哇塞，这个外星人怎么这么薄，怎么这么小巧，对吧？然后所有女生们，14寸，14寸的屏幕，哎，这个灯我会发光，你们会发光吧？你们不会发光，你们的果不会吧？对，你们的果不会发光，只有我这个灯可以发光，对不对？还有所有女生们，它是像有点像台式电脑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这个地方做了一点点的加高，对，加高屏幕会让你看上去更舒适一点点，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做轿跑跟什么跟城市 SUV 是不一样的感觉，那个视野就有点开阔，有好有有背有，因为你知道以前那种笔记本的话都是连接到最底下，所以你整个人要这样哈下去，这样看脑袋和肩膀都是这样的，对吧？就是要照顾到下面那块位置，你可能习惯男生比较高的话或者上半身比较长的话，你要这样子，那他下面做了一个加高，你就是这样子舒服的坐在那里，你看的屏幕都是非常舒适的。对，哎，就这个地方的加高，因为我也有很多笔记本啊，就是什么果的我也买，然后什么华为的我也买，然后各种品牌的我也买，但是这个加高我觉得做的是还蛮有趣的，就这个地方的加高。它这边抬高，因为一般来说品牌其实都追求的是贴边，对，屏占比低一点点，然后两边都是贴边的，这个是往上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土台抬升，没错，就是很像一个小台式的感觉，明白？哦，然后所有女生们，但是我们也做了14寸的一个屏幕，好不好？而且他们家的话，所有女生们，我们就说什么，就是他们家性能表现，好，他们家性能表现就是真的绝了，采用到的是12代。我们卖的笔记本都是第11代，我们今天是第12代英特尔酷睿 i7 系的处理器，14核心的20线程，所以它最高的睿频可达到 4.7。开几十个 APP， 我觉得问题都不大。没错，你一边剪视频一边打游戏啥的没什么关系。看你忙不忙得过来。好不好？好吧，或者就是你一个人打四个方位的麻将都可以，那看你忙不忙得过来那一种，好不好？可能忙不过来啊。对，但是他们家这款真的是很厉害，而且我们这款是14英寸的100%的色域广色域，而且，哦，所有女生们美们144赫兹的高刷新，让大家响应那种流畅的游戏体验。因为买这种外星人的话，都是那种什么 DOTA 玩家呀，都是那种吃鸡玩家，都是那种什么英雄联盟玩家，就追求的是画面那种感觉。而且我跟你说，你用它在家里面看电影都很爽，影像体验。哦，144赫兹刷新，现在最高的手机刷新率是120赫兹。我们看一些就是三倍数的那种大片电影也是很流畅。144赫兹，你用大屏幕看哦，更流畅。对，不会再打开一些什么视频软件比较卡顿了。是的，好不好？买它，真的哦，所有女生们。而且这一次我们也做到了，所有女生们、美们，就是适配的一个接口，我们会有到3个 Top C 的接口，其中2个 Top C 可以支持接雷电4，好不好？还有 HDMI 的一个接口，都在。所以你出去开会干嘛的话，别人办公室里面绝对有个地方可以插着你这个电脑。对，给大家看一下啊，其实所有的接口都在我们的尾部，对的，把你周边的一个清爽感。刚说到的接口其实是相对来比较齐全的。我来了，包括我们这次声音用到的也是杜比的一个全景音，对的，所以大家的视和听觉体验都是非常流畅的，好吗？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李佳琦。天猫店不价，等一下我先打开我的手机，我也想买。原价是12,969元，因为这个是货都没有的哦。对，我也跟大家说，美们，这一台是货都没有的轻薄本，官方12,969，我们直播间12,969，但是我们送1300元的外设兑换券，什么意思？直接兑换鼠标，我们的就是鼠标，然后那个我们的双肩背包，如果有额外需求的话，可以联系客服调整，调整，然后我们再送定制外星人发光鼠标垫，多帅哦！这是可以发光的哦。你就插上之后，然后它就有一个开关哦，这个上面就可以发光，对，很高级，好不好？然后再送定制外星人的氛围灯，对，一会儿给大家做展示。对，以及还有247免息分期，
赠品，所有赠品在五天内单独发出。这个就是外星人标配的一个电脑包，有很多那种 IT 男都会背。Yeah, 然后包括这是那个氛围灯，是好吗？我们准备啊，这个只有800台。3、2、1，开链接吧！我跟大家老老实实说，现在官方渠道这个真的是稀缺会员货源，真的没有货。包括他们家官方旗舰店，今天也是锁链接给到直播间。这个的话，第一，我是觉得我们以往推荐的外星人真的是比较偏男性化一些。这次的外星人，它其实外观上特别像一个艺术品，整体的 A 面和 B 面都是我们的乳白色。是的，我跟你说，之前那台黑色的我也买了呢。哦。真的这台好轻薄哦，移动办公我们要讲究一个轻便性，然后包括性能没得说，宅女们一次性到顶，外星人不做低配电脑，回家打游戏可以用它，上班也可以用它啊，真的外星人就做高配电脑的，买它买它。对，56号宝贝已经加好咯，刚刚下架了，我只有800台啊，外星人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多多关注，我们下架了，没有了，没了，还有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现在真的很漂亮，而且是白色外星人。我是觉得真的，我一打开之后我就看到它的薄度整个大震大震惊，真的好薄、哦、我就觉得太适合我们直播间了，是、嗯、好不好，多多关注，辛苦大家，也很好，是啊，谢谢大家的支持，56号宝贝哦，好吗，我们马上再加货啊，多多关注，外星人电脑已经上链接了，12969块钱啊、我的 T 我不是 T 恤，我这是针织衫，这是 Money 的啊，去年的老款，好不好？iPad 是明天晚上，我们刚刚上播了，就跟大家说了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明天晚上是上 iPad 给大家，因为 iPad 今天没到仓，好不好？有一点点仓储物流的问题，所以明天晚上会帮大家上。外星人还可以加货吗 ？X14 没有了哟，再踢人啦！对，美美已经400台了哦，已经月销400台了，因为我只有800台哦，好吗？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哦，辛苦大家，不好意思，美们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外星人主机你们想买啊？单独主机那个真的很贵啊，而且那个真的很厉害，就是很多男生的梦想，这是很多男生的梦想，我们可以选，我觉得我们也可以选外星人主机，就是但是客单价非常高，没关系，3万多，就又要把我想要这一台，它的显示器跟它主机是分开的，就这个加这个，我在上次在线下自己加下来客单价多少，5万块，准备多少台，5台，20台，20台我觉得可以的，送一个鼠标吧、送个发光鼠标，发光键盘，就送台笔记本电脑吧，我怕你是有点毛病，送个笔记本电脑早买了，好不好？说这个真的很贵，放送个耳机，哇，这耳机好帅，送个电竞耳机，送一个那个，然后看看还有什么送的。就是他，你家这方选的是一个曲面的那个，或者买这个像显示器，这个显示器可以送的，我觉得。那两台显示器干嘛了喂？不啊，就是买主机送这个显示器啊。如果他们想要再选配另外一个显示器的话，就买大显示器，买那个曲面屏。我跟你说，上次我有一次在那个线下看外星人哦，他们那个展厅里面有一个电脑是这样子的，就跟以前那个什么。特工店里面他电脑是这个样子的，就包围住的一个屏幕，好漂亮，好帅啊，看股票是一坨渣看过来然后打游戏也是那个野区啊，都看到河边了，我跟你说没有，都过去了，到别人那个中那个啊、哦、到别人到另外一个队长，哎，不好意思打扰了，串场吧，再回来，就拍了一张、啊、真的很宽幅，大宽幅那个真的很帅，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啊、哦、我们的外星人已经加好咯，大家自己去拍。下一个我们的相物折叠灭蚊拍。手机啥时候 ?9点钟哦，好不好，然后我们华为。太好。我们马上就来华为的啊、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MadPad。对，华为的拍。我买的 MadPad。他们家旗舰款，然后包括耳机，是包括我们的电视机。都来了啊，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辛苦大家。来吧，我们先上我们的折叠。这是什么电蚊拍，嗯，不识得，好不好，这是我们的折叠电蚊拍，因为我们化学消杀的没办法吧，是，但我们就可以物理消杀，搞死蚊子、嗯、好不好，来吧，所有女生们，为什么要折叠呢，因为有的时候晚上你在，你想个场景，就是有的时候睡着你就听到那种嗡，哦，你这个都就可以立起来放呢，非常棒，是不是，这个灭蚊灯直接就是你想放哪里放哪里，然后非常棒，就比如说我现在还在炒菜，然后那个时候你又没有买那个蚊帐啊，没有那个，就是那个那个对、嗯、然后它就很吸引蚊子，是，你就把它放那，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掉一桌在菜里你看那场景炒的自己把自己的场景搞灭了但是你还是要买一个照顾，妈妈妈妈，我们今天是什么菜啊，蚊子炒辣椒那这样子就是远离一点点，就是不要太接近菜，让它这样的
到咱旁边，菜在这里， OK， 好不好？哎，我们这样子是可以的。是的啊，来，所有女生们，我们的手持电蚊拍，你这样拿出去跟别人，因为你们家电蚊拍烂了，说这家人也太节俭了吧？电蚊拍骨折，来。这样就可以正常拍打了、啊、是，好不好？如果你们自己拍打的话，你们就在那边去蚊子的话，就这样挥它就行。然后如果你想要就是放在那里的话，让它自己来做一个灭蚊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放。所以就是一个灭蚊拍的一个升级，好不好？都是这样的升级，其实也是有到用处的。像有的时候睡得半梦半醒的时候，那个蚊子在旁边叫真的很烦，那个时候你就真的又不想要起来打蚊子的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停在那儿。对，这个就很方便了。然后没错，如果大家正常物理拍打的话，摁着旁边的强行灯啪就可以了。对啊，我们不做演示哦，就是你们也不要让小朋友去用什么戳它，我们就不做演示，好不好？嗯、所有女生们、美人们，强续航能力，灭蚊拍模式一般可以连续使用好几天，充电也很方便，是我们的 Top C 充电头。而且所有女生们，他们家的话是做到了两侧外面都有防护网，其实是有安全的，安全的那一侧才是电网，所以小朋友的手指是伸不进去的。对，这一点放心啊。然后包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嗯、日常来说大家充满电，你其实用一两周是没有问题的，嗯。然后这个的话，因为实在是原因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大家推荐一些那种物理化学消杀类、啊，因为我没办法上那个灭蚊灯，也没办法上灭蚊液，但是它是灭物理灭蚊，高效啊，好不好？辛苦大家，因为最近所有女生们今年的广告法说，就是主播在直播间不能推荐任何的关于就是化学类的，比如说灭蚊灯啊，比如说液体蚊香啊，比如说蚊香啊，我们都不能推荐。是的，所以我们就要按照严格的广告法啊，所以我们就是做到物理消杀，不是化学消杀，好不好？来，所有女生们，79一个，我们直播间到手价59一个，我们的项物321上链接喽。对，数量拍一领券，我来教大家领券啊、哦。嗯。来，稍等一下。其实，而且这个灭蚊拍颜值很高。对的，你会觉得爷爷奶家灭蚊拍那种红的、蓝的、黄的、绿的，就是有一点土。是，这款就是真的就是好看的奶茶色。是，好吧，多多关注，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点开链接往下滑，详情页给大家准备了一张20元优惠券，对，跳转领取成功，实付到手价是59块钱。嗯，好吗？好不好？多多关注，辛苦大家，我们的灭蚊拍下架了，来再加货。对，好吗？辛苦大家，加好了，来吧，领20元优惠券哦，多多关注，辛苦辛苦。来吧，我们下面一个美们，我们的美来一个什么呢？我看看啊，来一个小点的行不行？来一个，哎，我看看啊，45，我们直接华为吧。我也觉得华为吧。好不好？华为 MatePad 来咯。好，来吧，华为 MatePad， 佳琪不用在家里面隔离吗？我就在家里隔离呢。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出门了，再过两天刚刚好一个月了。我们提前在家里面就已经办公了。对，那个时候没有要求在家办公，我们就已经在家办公了。非常优秀。我们3月19号就在家里了，到现在为止。没事没事，我们下去做过核酸。你还想去干嘛？来吧，又到这种程度了。那我们家狗子看到我每次去做核酸的时候，它就非常兴奋，非常。他们以为可以出去玩了，结果不要动，我们马上回来。哦，对。哦，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华为 MatePad Pro 10.8 来了。是的，所有女生们，这一台我跟你们说，真的可以买买看的，因为华为这一台啊做到了，我觉得性价比比较的高，但是它做到了所有女生们完全不输，我觉得任何一个的旗舰 iPad。旗舰派没错，没错，不能说 iPad， 旗舰派。而且它的定位其实是一般的年轻人、中产阶级，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旗舰款的 Pad。而且它就是那种不会容易被迭代掉的 Pad， 因为其实像现在三 C 类产品，你们看到的对不对？每一年的3月份、9月份、12月份是什么？手机发手机的日子，对，年一年现在三台手机新品新机就各种上，下半年基本上都是好夸张好夸张，感觉自己买了一个手机还没用半年啊，新机又出来了，你怎么办呢？要换新机了，这种就很麻烦。我们直接我说句心里话哦，买这种不是那么说经常一定要换的东西，我们就直接买到顶就行了，对，好不好？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用个3-4年再说，等真的革新变得很大了之后，我们再去选择更换。那华为这台 MatePad Pro 它不只是一个所有女生们美们就是好看的一个外观，三个颜色，还有到所有女生们移动的一个影音系统。是的，因为他们家这款的话所有三个颜色，有白色，对，然后还有到的是我们的青山带，包括我们的灰色，其实青山带就是他们家笔记本的颜色，他们家那个带色其实是最好看的，笔记本超好看，他们家青山带的笔记本非常非常的好看，好不好？所有女生们，青山带今晚上就有400台，所以大家等一下一定要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对，第一个华为的平板可以跟你华为手机做同那个做我们的多屏协同，你看多屏协同就是直接可以连到手机，然后电脑，然后 Pad， 然后手表，
都可以做我们的多屏连通。其实很简单，因为华为系的手机它里面的系统非常的智慧联动，没错，所以大家只要轻轻开启我们的华为共享，然后一触碰我们的手机内容就投到这里上了。然后比如说你手机上那些照片，你想要做一个什么文档，然后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的话，你直接把我们的照片按一下，然后一甩过来，它就到我们的这个 iPad 上了。这一点很非常厉害，真的非常就隔空投屏的感觉，是的，好不好？然后还有所有女生们，她们家对于那种文件的传输，然后包括我们的图像传输、视频传输都是很快速的。而且这一次我们的 MatePad 90% 的高屏占比，2K 的全面屏，你们看一下，美们，屏占比高达 90% 的全面屏，而且我们的屏幕比例是 10.8 英寸再乘以 16.10 长宽比，而且微边框就开阔视野嘛，而且他们家的防触碰功能的话也是保证大家畅玩无忧。然后电池的话超厉害，7250毫安大电池，嗯，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快充，所以就整个缓解电量的一个焦虑问题。是，然后我们打开一些播放软件啊，都是有到 2K 的一个画质，再加上我们的华为的睿屏的叫做增强的画面技术，面让你真实的还原到我们的一些画质，还有我们的所有女生们4:3的屏幕，所以更加好的做到一个观影的一个沉浸式，以及还有到的是我们的音箱。我们看一下这边吧，其实我们刚说到的其实是画面偏多，那这次用到的其实是一个四声道，就是立体左右上下都会有音箱，所以你听到的声音是比较偏环绕的，而且是有到哈曼卡顿的一个调音，大家可以听到的音质就会比较好一些，而且不会那种炸耳的音质。对对对，好不好？因为有一些确实我跟你们说，平板或者是一些三 C 类产品声音开太大会容易炸耳，但它这款的话是有到调教过的。对，来吧，所有女生们，6+128G 3299，我们今天真的差很多，一般 Pad 是不捡钱的。嗯。8G 加 128G 3499， 8G 加 256G 3999， 8G 加 256G 的青山带4999。是的，佳琪直播间所有女生们听清楚了，美们，6G 加 128G 2999，减了300块，减了300块，然后我们 8G 加 128G 3299，是的，减了200块， 8G 加 256G 到手价3799，减了200块，青山带直接4799，这个就是线下价格哦。青山带我们 8G 加 256G 是加了一个智能的吸盘，来看，这就是线下价格。嗯，但是我们 8G 加 256G 的青山带是多出了智能吸盘，你看，就这个鼠标吸盘，这是送的，它可以联动，对，再加我们的手写笔，再加我们的备用笔尖两个，这是多的东西哦。所以他们家价格贵，青山带的颜色价格贵，是因为有笔、有键盘，再加两个笔尖。其实很简单，如果大家说我的轻办公需求会比较强，如果你就买青山带，完全娱乐功能，你就买我们的单独的白色的和那个黑、灰色的就行了。对，这个就是办公需求比较强的人、比较多的人去买它。这个是要套装，是4799，因为青山带的颜色很难买，好不好？来，3、2、1，华为 MatePad 上链接喽。好，可以给大家上58号宝贝链接，我们开链接吧。青山带只有400台，6G 加128G 的灰色跟白色。各300台，没了就没了。对，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上了比较多华为的产品，是的，然后其实是可以联动一起去做一个这样交互的联动，没错。9点钟准时我们的苹果手机，大家不要走开哦。好的，好不好？9点钟的红包也是大红包啊，希望大家都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对，然后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个功能，这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反向充电。对，如果你的耳机对应没电了，你可以支持我们的 Pad 给它充充电。嗯，然后包括它其实是一个7250毫安的一个大电池，是你发现它的薄度是比较薄的，一般的电池来说它会比较的偏厚一些，你的 Pad 会发热有点严重。青山带下架了，真的贵1000块都会下架。我觉得那个青山带可以加货吗？我们问一下青山带可不可以加货、哦、那个就400台了。对，好不好？青山带的套装只有400台哦。旁边一期你平时的绘画功能，嗯，然后包括一些就是绘机啊，都可以。嗯，好吗？我们马上加货吧，辛苦大家多多关注佳丽直播间哦。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 MatePad 马上加货啊。哎，加好了没？我们来问。哦，他们只能踢人了，那就是没货了。青山带400台可能就没有了。来，下面一个我们华为的耳机4E蓝牙耳机来了。对，那个今天线上网课也可以买派的啊。对对对对，因为最近很多的宝妈都说、就是、我们要上网课了，然后大家要买 iPad 就可以买了。会议日常大家外显可以上点更好的吗？ OK, okay。没问题，这个已经很好了吧？这个今天卖的很好，其实这台外星人我们这台已经是很好的外星人喽，美们。嗯，好不好？再上的好一点点的话，可能就要我们的那个就是台机。嗯，其实今天搭载的是最新一代12代的一个处理器，而且是 i7 的。然后这个的话大家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给他卖一卖。3万多的台笔记本是吗？嗯，我们来反向一下吧。
这个是17。嗯，我们到时候看一下。你们想要买3万多那台吗？也没有到，三万多买一个音箱，买个主机了都可以。真的三万多可以买个主机了。如果大家有需要，我们到时候再去看，好不好？哇哦！哎，我觉得 X17非常的性价比，因为 X15要29000块钱，X17才31000块钱。我卖过 X15。对啊，我觉得 X 我们可以618的时候17三万五哦，贵了6000块，有点贵。我们可以618的。但是我觉得那一台已经，我觉得就是那个，就女生们买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了，好不好？来吧，我们的耳机来了。所有女生们，华为耳机，对，它是半入耳式。来，我们聚焦一下，他们家的耳机非常的好看，颜值有点像那种小的鹅卵石的那种感觉。他们家这个是半入耳式的，所以佩戴起来非常非常的舒适。没有耳压。而且哦，所有女生们，他们家是做到了真无线蓝牙耳机。他们这一款的话，做到了配合我们半开放的主动降噪跟智慧音频的一个连接，满足了用户沉浸式的多方位的一个视听盛宴。对。而且我们给到精英人士、商务办公人士以及我们休闲娱乐的人士，有的都做了很多的一些音频的不同的一个区分。而且我们单耳机的重量只有4.1克，就佩戴起来的话，那种舒适感非常非常的舒服。嗯。而且哦，所有女生们，你看它。那种弧形设计，整个戴到耳朵上去的话，颜值也非常高。你只要一戴上，它就是主动的美们封闭型降噪，环境音整个就完全干干净净，而且它是半开放式的主动降噪 2.0， 它的佩戴体验是非常非常的舒服。它不是入深耳朵，因为像很多人不喜欢那种卡在里面的那种音响，会感觉有一点点耳膜不舒服或者耳压高，然后上飞机起落的时候会有一点觉得耳朵很胀。但是这种半入耳式的话就不会有明显的耳压感，对，而且声音会更加的通透，就传到你脑门上去。我说实话，它的降噪就是我们一般定义的舒适降噪，并不是说重度降噪。对，如果大家说，我说实话现在也没有说天天真的在飞机上飞来飞去，对，你日常的生活的噪音其实以我们现在这种半入耳式的体感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说句心里话，那种入耳式的耳机啊，如果我是日常什么逛个街听一听啊，走个路听一听，我会有点害怕，会害怕没有失去环境，对，会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会害怕车来了你都不知道，对吧？然后会害怕旁边有什么东西突然过来了，你也没有听不到，所以就会有一点点的心理小负担。但这款的话就是半入耳式的那一种，是我觉得那种入耳式的在飞机上、高铁上非常好安静，我承认。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有一点点小害怕、小担心。它是有主动降噪功能的，它会发出我们的反向噪音的一个声响去屏蔽掉，所以你听音乐其实我们日常佩戴完全没有问题，你放心。是的，然后我们的话，所有女生们，它是可以便捷的做到双设备的音频连接，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是适用于手机、平板、PC、手表等多种设备的连接，双连接也支持多种系统的一个智能的双连接，对，同时可以保台两台，可以保持两台以及两台以上的不同的设备的同时连接，就是你告别就设备切来切去贼麻烦嘞，对。哎，他还有个超贴心的点，就是他们家也是，我说啥软件真的是做的牛。是的。比如说你的那个航班现在换登机口了，你的航班可能说延时了，他的耳机都会自动跟你说。是。因为有些女生就是哎听歌听得太投入，真的。或者打游戏打到完全忘我了。对，飞机飞走了你都不知道。红包没有领取到他也会提醒你，比如说哪里发红包了，他会告诉你在哪一个 APP 上，你也可以去领取到位。是。嗯，是不是很贴心？质也很好。来，所有女生们，美门华为4E，所有女生们，蓝牙耳机699，佳琪直播间到耳价649，我们再送耳机保护套给大家，拍立减50元啊！来，3、2、1，华为耳机，我们上链接。对，今天是我们的平台的一个销店节，但佳琪在家里面居家办公，所以我们的产品可能很多的时候是用我们的这样的图片形式来做展示，对，好吗？就特别是大件啊，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担待。后面我们到时候出去了会帮大家做更多的大家电的一些直播，然后给大家做更好的一个沉浸式的直播体验。对。然后我们单耳是 4.1 克，你看非常轻。我这样倒坠，因为很多女生说我太容易掉耳机了，我单个耳机经常拿拔插的时候就会掉。它是带磁吸的，我这样倒扣，它的耳机不会滑落。对，而且它自己的克重又是比较轻的，音质真的非常的好，因为它的高音可以做到4万赫兹。没错，嗯，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华为耳机他们家月销10000，白色下架了。来吧，我们再加一下白色款哦。辛苦大家，可以带上飞机吗？当然可以呀、啊，过安检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给安检员检查一下，对，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辛苦大家啊！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苹果13什么时候开始？9点钟准时开始哦。嗯，快了哦。好不好？苹果139点钟准时开始啊。电脑播。我们把电视机播完了，我们就我上个厕所就开始苹果了，好不好？给大家一点时间啊。红色也没了。来吧，所有女生们，下面华为智慧屏 SE 65英寸，我们来放电视机。这个我卖的巨好无比。
这个真的，这个我跟你们说，我们真的是每次跟华为就求爷爷告奶奶，他来得了。有到这种程度。他们家一般都是不会来的这一台。而且我们上一次播的是55寸，是的，给大家直接上大。65寸大电视，第一个我觉得稍微大一点点主卧，你放65寸挂墙哦，特气派。如果你们家是小客厅，我挂65寸也是完全没问题。所以65寸是大家比较选择多的一个电视显示屏的一个智慧屏的一个大小尺寸。对，那华为显示器，我觉得大家真的不用多担心，因为华为这一款哦是他们家入门级别的一个智慧屏，但是入门是指价位入门，它的性能完全不输。为什么？第一个广色域的鸿鹄画质。美们，高水准的高色域，整个通过那种高色域的背光方案设计，以及采取得到的是色彩的纯净的一个光源，所以它整个 SE 系列的色彩覆盖率是真的很强的。对，所以基本上你用肉眼分辨不出来，美们92%色域和100%色域的，这个点很重要。所以你花2599拿到华为智慧屏65英寸，拿到高水准的鸿鹄画质，你是肉眼其实分不太出来92跟那8%的差距。买电视大家要追求的一定是第一的画质，它做到是92%的 DCI 的 P3。正常来说其实跟大家了解过了啊，这个数值一般搭载到5000价位段的一个手机，一个电视。对对对对，电视。这一次是直接是2599，你就可以拿到这么广的一个色域，是的，色彩分辨率已经很厉害了。然后第二个，所有女生们，鸿鹄画质引擎，他们还搭载的就是让它的画质变得更加的升级，更加的绚烂，而且还做到了双认证。我们会有到。不仅获得了莱茵低蓝光的一个认证，而且还获得了莱茵无闪屏认证。什么意思？电视机如果容易有闪屏，其实我们在一些昏暗的环境或者是那种反光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就是累眼睛的情况，或者你看东西会有点觉得它那种闪屏不快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关完灯的时候，它闪屏会容易出现。对，所以它整个的眼睛会容易累眼睛，让你看一个小时本来很舒服，但你看这个有闪屏的电视机，一个小时会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然后同样，所有女生们，我们还搭载到的是。高音质的扬声器，它是大音腔，对吧？华为 Sound， 你们都知道，华为我们卖那个900多的音箱都很好了，但是我们搭配的是华为 Sound 的一个美门音质算法和音效算法，让声音更饱满。哪怕你不连接音箱，你电视机里面出来的声音的音质都非常非常的好。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华为屏的美门投屏功能，手机只要轻轻碰我们遥控器上面的那个华为的那个图标，它就可以直接把手机内容投射在我们的大屏上。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先连接在同一个蓝牙设备，然后再连接到同一个无线网，然后再连接一下我们的那个投屏按钮，很麻烦，然后再选择我要看的视频素材，来看一下投屏。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女生们，很简单哦，我们如何做到美门投屏，就是直接可以把我们的手机放在我们的遥控器上。对，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从拍摄再传输到我们正常的一个电视机，并不是说我们直接实打实的做了一个这样子的视频，而且它的窄边框大家也可以看到，所以非常非常的高级哦，好不好？华为智慧屏真的大家很多人喜欢那个单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华为智慧屏的65英寸，好吗？天猫店铺价3199一台，我们今天晚上到手价只要2599。是美门再送夜行球形夜灯以及华为全屏影音会员季卡给大家，没错。然后我们的赠品会在收到货之后30个工作日内发出去给大家啊。对，来3、2、1，华为智慧屏，我们上链接喽。对，优先给大家上链接。首先是画质比较细腻的，色彩分辨度是比较高的，包括我们的声音用到的是华为 Sound 和一个一声的一个大声腔，对，还有到的是它的一些智慧关联，让大家的人机体验的交互感是很好的。我们会有人专门安装给大家，大家不用着急啊，不用担心啊。好的，华为智慧屏65英寸已经上链接喽，辛苦大家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可以去拍喽，我们分别今天是 Pad， 我们的耳机，我们的那个电视都给大家上上来，好不好？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哦，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好不好？来，所有女生们，65英寸已经上链接了啊，是不是选了？好不好？多多关注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不好？辛苦大家。好不好？多多关注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好不好？65寸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啊！多多关注，直接拍拍立减600块，到手价2599，再送球形夜灯跟华为的会员季卡给大家。好，所有女生们，旺旺抽一波奖，然后预告一下我们家人的顺序。美们，佳琪上个厕所，马上回来。苹果手机 iPhone 13 Pro 以及13 Pro Max， 好不好？这个我们今天会有一些福利给大家啊。因为我自己这台手机啊，这台手机是送给我的。那个我自己买了一台那个黑色的那一台，真的，你知道多少钱吗？减了100块，还在海口抢的。我知道，还是一 TB 的，减100块。我们今天也减这么多，好不好？所以不要走开，我优先给大家做一个抽奖，好不好？对。头顶上方，大家说声音有一点点问题，我们来看一下。
满屏再刷那个声音哑了，声音有问题，是不是有点炸？哎，对对对，是不是什么东西放哪了？等一下啊，稍等啊，我要一直说话，如果没有问题你再说啊。哎，声音真的有点问题，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大家稍等一下哦，马上帮大家解决那个声音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会儿冲两满屏好不好？我们一会儿给大家再送福利，抽两满屏我们的那个小礼物给到大家。我需要把它放过来点吗？我们来解决一下这个声音的问题啊，大家先关注一下是什么问题。现在有了吗？是不是进水了？进了李佳琦的。现在有声音了是不是 ？OK 了吗？可以了吗？你们听着可以了吗？更加不行。稍等啊，我们来维修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家先别说话啊，没有变化。我们的麦可能刚刚因为有一些那个数码家电产品，可能有一点点那个发抖了，我们的声音自己吓坏了，有电流声。怎么办啊？打喷了，现在还能顺利过下去吗？一定可以的。好，不着急，马上帮大家解决问题。我还是要实时说话，不然我觉得他们可能，你们可能检测不出来，是不是？听起来十分酷炫，可以了吗？我要这样说，你们才可以，我们才可以后台才可以检测到。越来越不行了。那我说的轻一点，不然他们也不知道是好了还是没好，是不是什么东西靠太近了？是我，怎么办？是外星人把它袭击了吗？真的变成消电节了，我们现在变成电音节了，感觉有什么被干扰了，我也觉得有什么被干扰了。太搞笑了吧！啊，我们重这样重启一下吗？不行不行，不可以。我们来问一下，连线一下吧。是不是手机在旁边？手机一直都在旁边呀，小罗。皇宫，救救我们！先等个几秒，我们后台的同事试一下，先关注一下直播间啊。先关注一下直播间，别走啊，可能会黑屏一下，别走。来，我重试一下，有了吗？现在可以了吗？可以走。还有问题，还是不行。太好笑了吧？稍等一下啊，我们后排同事修。等修好了，我先干点啥呢？我先纯给大家做抽奖吧，好不好？我反正现在就开始抽奖了，你们刷什么都可以，什么内容都可以，我们就抽一满屏的女生送出随机小礼物，好不好？稍等一下啊，像虽然有颤音，但是还是想给大家送福利啊。我们在维修过程中，希望大家可以留在直播间，好不好？来，小布帮我拍一下照吧，我们来准备。倾尽可能帮大家送礼物，准备哦，三、二、一，咔咔一满屏。还要再近一点，来，大家加一截图一下，中奖的女生。这一瓶我们都送出的是随机小礼物，可以看到吗？来，这个胶，哎，来，第一个女生799，还有到的是 C 开头19的女生，包括你点一下，我其他照片都给大家看到了。来，包括我们的那个七宝，还有太太，还有到的是爱自己，还有到的是该吃饭了，然后最后女生12089女生啊，让大家来截个图，大家咔嚓截图一下，还是有电音。我还是有电音，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帮大家解决一下问题啊，不着急啊。好，
我们再断掉一下，马上就回来，再断掉一下啊！来，再一断，断不断？断。等李佳琦回来说，怎么连直播间都没了？啊，没事儿的，马上就来啊、哦，不怕。我们断掉一下，他们耳朵也受不了了。来，再一断，断不断？有我了吗？声音好了吗？听一下，声音好了。好了，那是因为我回来了。姐太灵活了。Hello， 我们来了，我们来了。好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不好意思哦，辛苦大家。声音好了，声音好了。OK 了，我跟你说，还是我要坐在这儿。行呗，行呗，你看看刚刚不插掉，你回来能坐在这儿吗？我可能一回来就好了呀，说不定我一走就不好了呀。你再走一个我看看。好了，辛苦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抽波奖吧，好不好？再抽。接下来我们的顺序是我们的 iPhone 13 iPhone 13 Pro Max 以及方太的就是我们的烟灶套装，然后但是我们的空气炸锅，好不好？9:30空气炸锅，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好吗？辛苦，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先抽波奖，抽什么呢？萧电杰，好不好？就打。哎，你知道我刚刚真的变成电音，就打我知道三个字啊，萧电杰，好不好？我们就打三个字萧电杰。明天晚上7:30会有我们的宠物小专场，大家也要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是的，谢谢大家，明天是宠物小专啊、哦。啊，辛苦，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打萧电杰，我们抽一满屏送什么呢？你说，这样吧，好不好？送最简单粗暴的东西，每人500元的购物卡。爽，什么购物卡呀？还有就有钱，你不能送钱，送钱，每人500块。反正现在发不出货，我们就对，我们就送钱。哦，我也想。刚那瓶也送钱吧，好不好？啊，你刚还抽了一瓶啊？我刚刚有抽一瓶，因为刚刚大家有听我的那个电音，有点难受。送，好不好？刚那瓶也是钱，我觉得小礼物可以不要。就购物基金，好不好？来吧，抽吧，来，上准备哦，3、2、1，小点起，第一个女生咋回事儿？好，来了，来吧，我们看看中奖的女生是哪一些，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小点姐，电。他打的电影节啊，打的是电影节，可以就送他吧，好吧，送，只要他出现在我的屏幕上了。来，举个交给大家公布一下中奖名单。第一个女生小安，还有到的是苏英，还有到的是草长，包括要是你，还有小牛仔，送，还有到的是导视海，枯尽的泪，我天，好不好？辛苦大家，来吧，这些女生们，把我们的姓名账号和地址，不用，把你的支付宝账号给到我们的药客服。这个不要，好不好？把你的支付宝账号给到我们的药客服，我们在15个工作日一定把钱汇给你。好的，应该会比较快的给钱啊，好不好？财务还是上班的、啊。是，辛苦大家，我们的宝贝链接的1号宝贝客服，请联系我们的药客服啊，刚中奖的女生们，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来吧，所有女生们，我来帮你拆。这壳很紧，很紧，我跟你说，直接把这个壳掰烂。300块，我求你了，大哥，哎，当心。因为这个壳它好的点是它不用贴膜，它因为足够紧。我没有样品，我们样品只能用自己的，要到这种大喘气程度、啊、拿个剪刀来。不行，这真的不行，要不我会把我的指甲壳掰烂。等一下，直播间就这么好玩，这叫才是直播嘛。手机别掰断了、啊、你要苹果让苏宁一给我帮你报销这个壳。我天，你别再按进去了，轻点。OK。啊，手指都红了。我跟你说，我戴上去，我这两天没取。我感觉我的手指都涂了口红了。我跟你说，我没取下来原因是因为我取不下来。真的好痛啊！正好趁现在擦一擦手机吧。说明我们奈娃家族的壳比这个壳，我这个要好取。我要播的，你怎么会？来吧，所有女生们 ，iPhone 13 Pro Max， 我们今天晚上都来了啊！而且我们今天有苍岭绿，哇，好吧，我们今天有这个颜色，苍岭绿，真的对我们这种湖南人特别不好。苍岭
绿，好不好？辛苦大家，不用刷屏了，不用刷小点点了，辛苦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为什么要拆手机壳？因为我们播的是 iPhone 13 Pro 跟 iPhone 13 Pro Max。是的。那所有女生们，苹果，我就用我自己的了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苹果的一些性能跟一些为什么值得买的一些点，好不好？所有女生们、美人们，今天晚上我们是要充购物金可以进行购买我们的一些产品。那这一次我们苹果做到的是5G 手机啊，这个大家是比较最近比较有需求量的一个东西。对。然后第二个呢，所有女生们，苹果手机我们这次做到了120赫兹的高刷新率。嗯。然后所有女生们，他们这一次的话，美们就是真的是很多女生会想要比较想要的一台，而且今天我们会带来刚刚上市的三月份的绿色新机。哎，这次可以直接购买，而且有优惠啊。Yeah， 好不好？哎，我们在首发的时候是没有优惠的哦。嗯。你知道我的那个 iPhone 13 Pro Max 在什么地方买的吗？我的第一台。在海口。我的第一台 1TB 的在海口买的，然后那时候在海口出差回来，然后那时候大家都说啊，我们去抢手机了，然后买发现只减100块。你记得吗？我便宜了100块。那天是零食节，对不对？对。我们所有人没有管零食节，我们都在抢手机。对，然后但是没抢到，发货还发真的巨慢，而且你知道我在海口买了比那个发货还发的快一点点。对。这次你们就不用等了，我们120赫兹的自适应的一个刷新率，刷新率可以在每一秒钟每门从10到120赫兹自动调节。对。什么意思呢？你们在刷图片的时候就是10赫兹。啊，我们在刷剧和打游戏的时候就立马变成120赫兹，对，而且我们智能的刷新率就提高了我们的手机的一个性能，而且所有女生们降低了刷新率以及节约我们的手机电量，而且所有女生们这一款的话，我们做到的是一个超磁晶的一个面板，对，再加上不锈钢的边框啊，然后呢，我们做到了三色，而且三色系统是全部都做了。三摄系统是全部升级到了一个优化，出手就是大片。我跟你们说，苹果的相机，苹果的摄影，那就是拍的好看。对，然后包括它有一些微电影模式、夜拍模式、变不得不承认，模式就是真实而且好看，而且那个画面就是高级，嗯，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说我们就是什么我是觉得又是崇洋媚外啊。我说句心里话，那就是苹果拍出来的照片就是好看一点点，就是那个画质就是好舒服一点点。而且这一次，所有女生们，我们做到了美们自动的一个对焦跟镜头的一个模式，它是可以帮助你们拍摄完全不费力，而且长焦支持3倍的光学变焦，而且整体可以实现6倍的一个光学变焦，而且不仅适合拍摄人像，包括拍摄一些远景啊、风景啊，画面也是比较流畅的。那这一次，所有女生们，苹果13 Pro， 我们直接说价格，你们自己在线下买128G 7999，256G 8799，512G 10399，我们今天晚上所有女生们88 VIP。7549便宜了多少钱？领100元优惠券，再用88 VIP 减钱，便宜了多少钱？7999减掉7549等于350块钱。嗯，减了350，比我在海口免税店买还便宜。对。然后我们256G 从8799变成了8349，减了400多块钱。然后所有女生们，512G 从10399变成了9949，我们还支持3期免息，这是88 VIP， 我的女孩们都是88 VIP。然后所有女生们，我们美们，如果所有女生们，我们是点击下方充值购物金，是充2000得2050，相当于我们再减50。所以美们，我们充88 VIP， 再加上我们的购物金，到手价就很便宜，7549、8349、9949，好不好？来，我们教大家一下啊。来，我们先上苹果13 Pro， 然后我们等下再上苹果13 Pro Max。等一下我，稍等一下啊。好。咖啡洒了，我来擦一下，不然会弄到你身上。来看一下哦。是。来，对应的话，我们优先先把链接点开，然后往下滑，我们的操作动作可能会相对来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个充值就是苏宁易购给大家的福利啊。首先，这个是每个人都要做的，因为它可以减掉50块钱。哦、是。哎。13已经上来了，大家可以直接进行购买了。对，在35号一样的方法。对。13已经卖了300台了，大家赶快抢。充2000得2500，等于就50块钱送大家，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你只要确定你自己是不是88 VIP。是88 VIP， 直接减钱。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88 VIP 你自己充一个。对的。88块钱你可以选掉一张100块的优惠券，我们这边有一张满1000可以减掉100块的优惠券啊。嗯。所以这件事大家要手动做，那300块钱是我们直接拍立减给到大家。所以你这个券要领取一下哦。一个是充值，一个是领券。对，把2050充掉，然后把这个券领掉，直接下单。所有女生们已经开链接了，大家赶快去抢吧，好不好？呜、35号宝贝已经卖了300台了，61号宝贝我们的已经44台了，已经44个人操作好了。
已经有44个人操作好了。大家既要充值，又要确定是不是 VIP， 所以你们这些动作你们要快，不然一会儿要的颜色都没有了，和内存都没有了，好不好？仓领率，大家赶快去抢，只有300台。美们，我们上链接了，61号宝贝，50个人操作好了，大家赶快抢，50个人买下来了，好不好？远峰蓝也有货啊，我这边咋没了啊？远峰蓝没有了 ，ETB 没有了，就256G 远峰蓝了。石墨色只有256G 跟128G 了，金色也是，仓领率还有也是256G 了啊，下架好快。对，我知道，好不好？辛苦大家，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没有88 VIP 的话，那就要贵一点点，就贵100块。对，但是我们的拍立减是给大家减掉300块钱。是的，就是其实相当于是减钱了，好吗？然后35号宝贝是苹果13，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去买就行了，好吗？对，35号宝贝是苹果13，也是用一样的方式去买，购物金会立即到账。你们付款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便宜掉2050。是的，你先支付一下购物金。没错，好不好？辛苦大家，已经100个人买下来喽。下面一个，我们的苹果13 Pro Max， 那跟13的一个对比的话，所有女生们，它的屏幕会更大，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尺寸直接升到了 6.7 英寸，而且在性能上，我们也是电池比13 Pro 要有一定的提高。而且这一次的话，我们也同样新增了仓领率的一个颜色。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话，除了有大屏幕是120赫兹高刷新，然后我们是超视网膜 XDR 的显示器，所以整个的图片显示跟画质显示更加的清晰了。所以美们也是一样的，我们的背板是超瓷金的一个面板，再加不锈钢的一个边框，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对，这个颜色，这个场景率会更好看。上个月刚刚发售吧，应该三月份，我记得。然后我们还不是上了那个新品秀吗？对，它上发货时间是快的，你们优先可以先抢这个绿色，这个绿色区别于它以往出货的那台绿色，没错，好看，好不好？所有女生们，88 VIP 到手价8549。256G 9349 512G 10949，然后 1TB 12549，来吧，也是一样，我们领100元优惠券，然后再充2000得2050的美门购物金。3 2 1，苹果13 Pro Max 我们上链接。62号宝贝苹果13 Pro Max 我们已经上了62台了。对，等于是两个操作动作，第一大家要充购物金，第二大家要领一张88 VIP 的优惠券。没错，其他操作其实都是平台直接免减的。对，所以你们放心，好不好？国产手机我们直播间也会上，大家可以多多的期待。我们前段时间国产手机上的太多了啊，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苹果手机，那我们就帮大家直接拿一下活动和福利。那谢谢苏宁易购给我们的苹果手机的一些折扣力度，因为真的在线下买是不减钱的，好不好？苹果官网也是不减钱的，好吗？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因为如果不减钱的话，我们就是建议大家自己去线下买，或者自己去官网买，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做体验，对不对？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好不好？辛苦大家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然后所有女生们，方太烟灶套装，然后我们的美门空气炸锅 3.7 升179那一台，三万台要来了啊、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iPad 明天晚上上给大家，明天晚上记得来买 iPad， 想要买 iPad 的女生、哦、明天晚上记得一定要来买 iPad， 好不好？多多关注，多多支持，辛苦大家。好啦，所有女生们大家不要走开，9分钟之后就是我们的美门空气炸锅，好不好？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哦、来，所有女生们，接下来推荐一款也是真的非常多人需求的一个品牌。首先这个品牌来自于1996年方太，也是创立以来就是家庭很多人的首选品牌，因为他们家是知名行业，到现在荣获了行业里面非常多的大奖，而且哦，所有女生们也是做到了高端的厨电的一个领导品牌。首先这台是集颜值高，全身机芯都是黑色，而且是那种黑金质感，我跟你们说非常的立体，外观巨美无比。而且哦，他们家是只要一挥手就可以开启三个功能，开机、开灯以及强档运行，不需要触碰，挥手即开，挥手即关。刚刚我们的视频里面也展示到它那个烟的量，就是如果你的没有一个好的吸烟机，它那个烟啊啊，中国人喜欢爆炒，它那个烟会满屋都是，然后小朋友在那里做作业的感觉，哎哎，咳嗽，然后打喷嚏，然后包括妈妈在里面其实一直吸那种烟也是对身体不好的。所以有美们，我们这次直接做到了美们大吸力，就是烟直接做到了一个强聚拢，而且这一次我们的打火石也是做到了什么，就是按压直点火，它的点火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我们今天其实又有烟机又有灶台，对的，它的灶台的那个火炉的面积，火焰的面积会比较的偏，就是周全一点点，所以它整个照顾到了锅底的每一个地方。而且这一次所有女生们，我们也做到了每24小时会做到自动换气，哪怕大家在外出游，我们在家里面24个小时可以
换气一次，可以保持厨房的清新。像很多人家庭里面，美们离开了，然后几天不做饭，那个厨房里面会有一股油味和一股那种就菜的味道。但是我们做到了什么？所有女生们直接换气，它可以一直保持我们厨房的一个空气清新。对，好了，那我们来切回我们的主画面吧。其实刚刚我们是配合到视频内容做了一些小讲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先是我们的外观，外观很漂亮，它擦拭起来就会比较的干净，而且它是那种斜面，所以它不容易撞头。对，哪怕高个子的男生和女生做菜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它是侧吸嘛。然后它是 1.53升的一个大油杯，是不需要频繁去倒油，它的油盒是直接可以帮你储存一下。刚刚视频里有个动作，就是有个小姐姐把那个油杯一拆，对，它直接就可以做清倒了。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所有女生们拢烟量非常，它的旁边是不漏烟的，对，是不是？包括其实它那个烟网也是磁吸的，是往下一取，我们就可以去做清洁。嗯，所以它就是让你们就是在家里面做饭。啊，不容易频繁去做我们的那个清洁，对，它就可以做到一些自己盛一些污渍，然后你每一次定期去把它更换就行了。是的，而且这一次 THR8B 的一个就是灶具，它是天然气最大火力可以达到5000瓦，所以哦，美们热效率达到了65%，就更加的节能省电，而且爆炒出不一样，汁收汁也会比较的好一些。是的，我们今天有 5.0 的版本跟 4.5 的版本，我们建议大家买 5.0， 为什么？贵200块，5.0比4.5就贵200块，是参数不一样，好不好？所有女生们，5.0的话，天然气5.0，然后我们的液化气4.5就行了。那我们的4.5的话，最大火质量，天然气4.5，我们的液化气是4.1就可以了。对，这两个数值要跟大家说清楚。是的，好不好？挥手开，挥手关，21升，性价比极致的一个烟灶套装。美们，所有女生们，三四月份、四五月份都是我们的家装大季，很多人都会去买我们的厨房的一些用品，而且包括如果你的厨房以前是那种比较老式的吸油烟机的话，我就换一台好的。然后我们也是包安装，也是会有上门去帮大家做安装的，好吗？这段时间如果疫情期间如果没办法发货，我们可以帮大家保留仓储物流，然后在疫情稳定了之后帮大家再去发货，然后安排我们的员工帮大家上门安装。对，三个月仓储物流，家庭装修还没有收尾的话，没问题的。因为我跟你们说句心里话，四五月份是家装大集，这种大家电就在四五月份买最便宜的，对的，要不然就只能等到双十一了，好吗？会有点难。美们，天猫店铺价5.0套装5399，4.5套装5199，佳琪直播间数量填一拍立减600块，我们再减900元，我们直播间直接减1500烟灶套装，相当于省下来了一个什么？厨房的净水系统，对，或者省下来了一个厨房的那个电饭煲，IH 电饭煲贵价的，然后破壁机你可能也省下来了，没错啊，省下来一台破壁机的钱。美们，5.0到手价3899，很便宜，5.03899，4.53699，然后我建议大家买5.0啊，有爆炒，对，有能力的买5.0，为什么？那种爆炒，哎，夏天炒个龙虾，炒个花甲，火力要旺的啊，对啊，那样炒出来的菜才好吃。对，然后我们再送大家张小泉的刀具一套给大家，好不好？联系客服，我们可以延期发货3个月，让大家家里面装修好了再发货给大家。来吧，3、2、1，方太侧吸大风量烟灶套装，我们上链接咯。对，然后再帮液化气可以用 5.0， 液化气是 4.5 就行了，它在 SQ 里面是可以做筛选的。是的，然后再帮大家补充一点，其实它那个手感质控很方便。对，因为很多就家里啊爸爸妈妈炒饭的时候，你可能手上沾了油烟，你再去用那个玻璃面板触碰不灵，它其实清洁上会有麻烦的点。然后你就直接挥手，我们是可以开机关机，正常的火力往就是正常的风量往上去做一个剧增，是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手势挥来去做一个操控的，没错，而且全部都是那种黑色液晶，非常好看，对，非常高级，而且你擦拭起来也很漂亮哦。对，然后这是我们的赠品啊，开放式厨房可不可以用啊？如果有吊顶，其实我觉得 OK 的哦，好不好？如果开放式厨房上面有个吊顶也是可以装的，它是个侧吸，哦，其实对于一般的家庭，侧吸相对而言它也省空间，也会比较好看一些，主要是省空间了，好不好？侧吸真的是主要省空间。好不好？空间量的话就会比较的节约，而且你知道那种顶吸的话，其实就相当于整个上面全帮你遮挡起来了。顶吸，我说实话，其实一般的老年人，或者是我说实话，一般爸爸妈妈会比较喜欢用顶吸。顶吸，然后还有什么？还有那种餐厅，餐厅厨房用顶吸用的比较多，但是家庭厨房用侧吸就行了，好不好？绝对可以搞，因为他们家吸风量非常大。对。它的聚拢也会做的比较好，而且它那个自动换气功能也非常打动我。对啊，就是总会有一些怪怪的味道。然后包括所有女生们，你们家不做饭，别人家做了饭，那个风量抽完了就可能会倒灌到你们家来。如果做一个换气的话，你们家哪怕出油一个半个月啊，你回来的时候厨房里面也是好闻的，好不好？就不会有一股异味和油味在里面，好吗？24小时自动换气
啊，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方太已经加好了，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好的，好吗？辛苦大家，然后大家可以放心哦，我们是5年保修，30天可以安心退，然后还可以帮大家延期发货三个月。是的。嗯，好，现在可以去拍了。辛苦大家，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反正我们建议大家拍 5.0。对啊，其实成造的原因是因为它限高。是。然后我们现在才在去找一些现在行业头部的。对，头部的品牌。好像是12楼以上就没有办法装集成造了。是的，嗯，好不好？辛苦大家， 13保价618吗？啊，我们的苹果手机保价618。如果我们苹果手机在618可以再减钱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再重新再给大家退钱，退差价就行了。对，因为同一渠道的话，我们基本上都是保价的，因为马上618就要到了嘛。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我们的直播间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喽！所有女生们，九点半最后的一分钟了啊，美们，最后一分钟了，我可以讲解了啊！我讲解完了之后，九点半准时开。我们只讲一分钟，说好不好？因为所有女生们，这个真的是我们直播间的超级爆款。你看现在月销，美们，现在月销多少？6万，而且不是每天播。我们有三升的，我们播3.7升的，也播4.5升的。对，嗯，好不好？所有女生们，来了来了，他来喽！3.7升来了来喽！我们昨天晚上用了它炸排骨。每天都在用它，我自己用的是那个黑色那一台，179块钱到手，179块钱到手。而且如果你们家这个小朋友乱玩，里面没放食物，它不会爆，它会立马就会停掉。空转的话，手机保证正品，这个完全可以放心啊。来，所有女生，我们有三个颜色，一个是奶绿色，一个是我们的樱花粉，还有一个是星空灰，三个颜色可以选择，高性价比，3.7升大容量，满足了大家一般的需求。其实如果你不是那种，就是说我要做大菜，我要就是特别多人一起吃，我觉得3.7升真的够够的，量可以，好不好？其实一般来说，一个小的整机是没有问题的，它是一个这样抽取式的一个篮筐，没错。哦，所以拔出来的时候，机器自动关闭。然后我说一句心里话，为什么说这台性价比高？因为我们这个是旋钮式，对。然后我们之前卖过一个液晶屏，所以它是旋钮式，它的成本会比较的来低一点点，所以我们可以帮大家做到179一台。然后你们在家里面烤烤薯条啊，炸炸鸡翅啊，烤烤红薯啊，烤烤鸡翅啊，烤烤玉米啊，烤烤牛排啊，烤烤海鲜啊，丸子啊，然后炸鲜花，炸果干，烤面包都可以，对，好不好？主要是不加一滴油就可以做到我们的空气炸，让大家吃起来的东西会更加的方便。现在大家，我跟你说，基本上每个人都会用空气炸锅，万物皆可炸，连小朋友都会用空气炸锅了，现在。小朋友就说啊，我只要调一下温度，它是数字识别的，贼简单。然后你看哦，它现在在行驶过程中，你能听到声音哦。风量是大，但是它的噪音是小的。拔出来直接停机，就是你可以随时的，比如说哎，看一下炸好了没有，我翻动一下里面的食材，看一下它的进度，哦，没有，我们再继续往里轰。对，嗯，然后你回进去了之后，它会有刚刚按照刚刚的方式要进行记忆模式嘛？对。好吗？所有女生们，不沾土尘，一冲就可以冲掉。然后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里面放一个这样的锡纸，就这样会更加的干净，好不好？来吧，所有女生们，239，我们直播间179，领60元优惠券，这次你们一定要抢到，只有33000台，3.7升，3本空气炸锅，我们这卖了几十万台的东西。然后你们在外面买那种半成品的蛋挞，买半成品的薯片，买半成品的鸡块，回家直接炸一炸。对，3、2、1，我们山本空气炸锅上链接喽。对，这是相对而言比较偏低油的。是啊，如果大家不加油，是食物本身里面的油脂帮大家去做一个这样的烹饪。没错，你正常来说，我们其实做空气炸锅，我们都不涂油层。对的，不涂的，不涂的，不用涂的。烤红薯啊什么的都特别好吃，嗯，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山本空气炸锅已经上链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又没了，好不好？我们又下架喽，辛苦大家，是不是漏掉了一个？你看一眼，哎，那应该排在后面了，好吗？来吧，我们上链接喽。山本空气炸锅只有33000，没有了，下架了。OK， 68个。来，我们再加货喽，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我们再加货啊！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个净化器，嗯，这里没有了吗？多多关注哦，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好不好？辛苦辛苦啊！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下面一个我们的空气净化器，好来，好吗？空气净化器，然后到了我们的爱丽丝空气循环扇，以及松下10公斤洗烘一体。对，松下10公斤洗烘一体只要3698。可以。洗烘一体松下只要3698。10+6，嗯，10公斤。帮我再教一下，苹果手机，我来。88VIP 为什么没减100？要领券。我来，我来，我来。要领那个88VIP 的券，我们来再教一下，不好意思哦，我们把这个拿过来。过来，过来。来。大家点开61号链接，嗯，我们来准备切一下，往下滑，详情页第一屏，首先是刚刚说到的充值金，2000减2050，肯定是充这张的，如果你充这张没办法用啊，然后我们对应往下滑，这边领取一张大额的优惠券，跳转领取成功就 OK 了，是一个对应88 VIP 的一个100元的优惠券，这边点击领取，
然后我们往下滑，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找一下，那这边有一张三 C， 因为我之前领取了，我已经过期了，或者你领这一张，你把这几张都领取成功，是我之前领取过了，七天我这边过期了，你们还是可以领取的，好吗？是，这一排你们都可以领取到自己的卡包里面，好不好？辛苦大家，来吧，我们美们，大家可以自己去拍我们的手机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山本空气炸锅我们已经帮大家加好了，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拍起来了，破壁机有，等下我们都会上破壁机哦。好不好？我们现在破壁机很值得买，九阳那台，我们准备卖的非常好的破壁机。是的，是你上次说要主推的那台。Yeah， 我们九阳卖的超好的破壁机，每一次卖了几千台。来吧，我们先上我们的这一款啊，科沃斯空气净化器。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现在有没有空净，但这一台空净是可以走路的空净。对，好不好？什么意思？你知道这台是我楼下那一台，这是我们家自己用的一台空净。你家其家里空净也太多了吧？我跟你说，我们家空净多到，我跟你说真的，可能有点比什么比电视机还要多。真的蛮多的，每个房间必须要一台空净，我的房间没有两台空净，我的厕所里面有台空净，因为我是鼻炎患者，我跟你们说我非常过敏，我过敏到飞起来，而且你知道吗，很多人家里面其实忽略掉了空净，然后每一次我的朋友他们来我们家，我就会给他们来介绍空净，我说你们一定要买空气净化器，真的空气净化器真的对于小朋友和对于那种现在容易过敏的鼻炎患者或者是支气管炎的患者还有换季的时候，我跟你们说真的，我跟你们说修新房的就太可怕了，真的太可怕太可怕了，好吗？空气净化器，你们相信佳琪，你们一定要试试看。为什么要用空气净化器？第一个，新装修的家庭，全屋都有甲醛释放源，特别对于家里面有身体比较弱的人士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利的。第二个，普通的空气净化器只能固定在一个地方一个区域，它不能走，但是它可以走路。日常大家是要搬的，嗯，只要你们家不是什么几层楼或者复式楼，它除了不能上楼以外，对，它可以平行的在那个地面上去走。比如说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空气净化器它不可能放在你的客厅的正中间。不好看嘛，你只能把它放到客厅的旁边边角落。老公在那边抽烟，哎，他就走过去了，他就跑到老公旁边去，你还抽吗？他只不过跟你老公说话，他在提醒你，你又在影响家人的健康了。你老公他立马把你老公赶到阳台外面去，这么吓人，好不好？真的，你只要老公在一个地方抽烟，他从那个角落跑到你老公旁边去，这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你知道这台我第一次卖的时候，我直接在家里面买了一台放在我们家客厅，因为我们家有很多的猫猫狗狗，其实空气里面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毛发，然后它也可以把一些毛发做一些清理。你看它是可以在家里面跑来跑去的，它就是像扫地机器人模组上面放了一个空净模组，是，对，你看，而它不会撞到你的任何东西，也是一样，很智能。这边是一个视讯窗，没错。然后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妈妈会经常去洗被单、洗床单，然后妈妈也会每天在房间里面干嘛？搞卫生，比如说那个什么除螨仪拍一拍啊。然后那个什么被单甩一甩啊，然后用什么的衣物拿出来清洗一下。我跟你们说，那个真的灰尘巨多，虽然看不见，但是里面的扬尘非常多。立马跑到你那个地方去帮你把扬尘全部清理好。对，是不是很棒？妈妈在旁边一边搞床单，一边搞被子，一边做换洗衣物的收纳的时候，她在旁边就是妈妈的保护器。我跟你说，家长的保护器。我天，等一下这也是。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这一台哦，新房24小时除醛模式，它的就是其实说句心里话，甲醛呢，它的那个挥发周期长达十年，而且在每个角落里面都会有，而且它是可以做到什么？做到给到我们的一个就供暖温度升高会让甲醛。的那种危险会发生，会挥发，他们家可以做到移动除甲醛。新房入住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全屋走动除甲醛，就是他有的时候会说，我新房，我买一个空气净化器放在里面，就开始在家里面一直熏，一直吸，一直吸，一直吸，把甲醛吸掉，其实没有吸掉。因为它的边边角落里面，或者猫的或者那个柜子的什么底下，或者一个新沙发的什么边边角落都有甲醛，正常它就可以一直走起来吸。释放率只要到三年以上。是。对，然后我们今天会送大家一个这样的空气检测仪，它什么意思？是的。比如说老公经常爱抽烟的那个地方，比如说是书房，对，你把它放在书房，它现在检测到它超标了，是，它就会默默的嘟嘟嘟嘟嘟到书房去那个地方帮大家去做一个清洁。没错。哦，然后其实它可以做到的是，它会像那个我们的扫地机器人一样建图，对，建图的同时。他也在帮整屋去做一个整体的清洁，没错。你也可以管理地图，比如说今天小朋友在那里睡觉，我们只要在客厅里面，对，我把这个地方做了一下一个这样的框栏，他就可以单独的在那个区域去做。然后有个女生说，她说佳琪复式楼会掉下去吗？不会，为什么？你可以在地图上，他建好图之后，在地图上划一个一层二层，就是你把它划一下，用那个手机，就是用它划一个道，它就会
变成一个虚拟墙，它就不会过去了，它就不会掉下去了，是的，好不好？所以它还是蛮智能的哦。而且所有女生们，它新增了轻音乐跟大自然的一个白噪音，它有到哄睡模式，就是小朋友睡觉质量不好，它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哄睡。对，然后我们正常的滤芯，大家其实概念里都是那种扁平的，对，它是圆弧形，这个是环形的，它是圆弧形滤芯，所以它的吸收量超级大，它是圆弧形滤芯，正常来说就是一个边边角角嘛，一个平面，对，一个平面，我们今天做到环形，所以它的 PM2.5 包括它的甲醛的 CADR 值可以达到400、yeah ，而且它的清洁能效是 P4 和 F4， 你们自己去看这个参考。对的，基本上是数值比较偏高的了，好不好？所有女生们，这个我第一次直播我就买了，你知道我真的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过敏非常严重，我基本上那时候直播每天流鼻涕，每天打喷嚏，对不对？你们都知道的啊，所有女生们，我就打那个什么过敏针，然后我的老板就给我去买各种各样的空气净化器，我一个房间里面摆三台空净。都是贵的，那都是万元。那是几万块钱一台的空镜，真的很贵很贵的空镜。然后你知道我第一次播它的时候，就被它非常打动，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客厅里面。因为空镜真的，你们在客厅里面你摆两台吧，真的很占地方，而且又贼大。对，它就会比较的小巧，它可以自由移动。真的没有它之后，真的没必要再买多台了。对的，以前是要搬多台，而且要搬来搬去很麻烦。对，你知道那次我们不是搬到那边去，要搬出来就很麻烦。空镜一般都是体积比较大的，嗯，这个很方便，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的科沃斯净化，哎，你们别买错了。咋了？那是科沃斯扫地机器人，爆品宝贝。这是科沃斯的空净机器人。他说怎么颜值不一样？那个是扫地机器人，别买错了。来，所有女生们。6999一台，他们家新产品，我们直接减掉了，拍立减2370，我们再减600元的优惠券跟30元的品类券，你只要领好600元的优惠券，我们送大家499的空气检测仪，再送大家原装滤芯一个，再送大家随手吸，价值899，好吗？来吧，赠品都价值1997。3、2、1，科沃斯可移动的空气净化器上链接咯。是，给大家上链接啊，两个不一样，一个是扫地机器人，一个是空净，大家不要搞错了。对的。那其实哎，大家会想说为什么科沃斯其实会做一个空气净化品牌，本身它的扫地机器人是帮大家做整屋清洁的。没错。所以同样我们的空气清洁它的研究历史也是非常久的。是的。帮大家做到可以扫描大家的家居环境，可以生成我们的地图，可以做到自动的分区净化，而且它也可以识别自动的避障。嗯。因为我们今天上的其实也不是他们家基础款了，对的，他清洁完成之后他会自己跑回去充电，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咯，在64号宝贝，大家别买错咯。这台也是我说实话好几年不会迭代的，是真的不会迭代的，现在空气净化都是站着不动的，它可以跑动的，好吗？而且只要3999，还是科沃斯最新的一个产品，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买起来的，好吗？这真的佳琪直播间的同款，这是我家里面的同款，我第一次直播我自己买了一台，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双十一的时候我买的。对，嗯，但那个时候可能避障这个还没有做到，嗯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上链接喽。64号宝贝，仅仅标签机没有了，那就没有了耶。如果地区买不了的话，就不好意思喽。然后咖啡永璞好像也是卖光了，就卖光了，已经卖了5万了。对，刚咖啡是从零开始卖的，卖到了5万，好不好？辛苦大家，这个、科沃斯大家可以自己去拍了。下面一个，所有女生们，我们的爱丽丝空气循环扇。来，这个超棒！哎，你们昨晚 你们昨晚买的那个 Lovo 的，你用它睡觉就行了。哦，可以，好吧？这段时间，所有女生们，空气循环扇，你不要看它小巧，但是它真的大大的能力。它我们去年有播过它，就是那个我拿了干冰，是我们吹出了超长的距离。10米，对，我们去年用它来吹出了10米的一个距离。你不要看它小小个，你以为它是桌面台扇吗？不是，它的风扇能力就跟堪比什么？堪比你们自己买那种立式那种风扇的一个能力。爱丽丝他们家研究。循环风扇20多年、嗯、什么叫做循环扇？我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吗？你们有没有一个生活场景？什么生活场景？回到家开空调半个小时还不冷，热的要死，冷空气热空气一直在头顶上，对，一直在头顶上飘，就是下不来，有没有这种感觉？或者开空调开一两个小时，整屋才会有到降温的效果，房间太闷了，哦，那个气流不对，气流不对流。所有女生们，这个时候你相信佳琪，你们真的今年买一个循环扇回家，你开空调的房间，所有女生们拿个循环在旁边吹，它可以把风切割，然后它可以把风从顶上吹下来，让整屋的风做循环。你会发现你回家开空调20分钟，你们家全屋都做了什么？都做了降温。对，而且它可以直接当一个什么？当一个电风扇。美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吹风扇不要直吹，嗯，特别是小朋友夏天在家里面玩，坐在他的榻榻米上面去玩，你拿个电风扇直吹它，吹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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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了，对，去医院冒烟，然后开始咳嗽，对吧？妈妈都很讨厌，很害怕，说宝宝在旁边吹风扇到底能不能吹？对，所有女生们，你就把它放到旁边，它是整个转头的那一种，
不会直吹宝宝，就相当于给它带来了一个大自然的那种风，是那种环抱式的风。而且它里面的话做到了什么？做到了无挡风的一个调节，它的声音低至35分贝，非常的柔和和安静。你看它这个美们，往上，你看它这个风嘴，对，给大家看一下，切割。首先切风，切风，切风，这个是我们的扇叶啊。嗯，之前以往其实去年这个尖角没有这么尖锐，对，而且弧度没有这么大，对。然后包括它这一次有点像螺旋桨的感觉，是，它出来的风量会更大。然后大家说，哎，这个圆圆的还挺可爱，其实它真的不是单纯的外观上美可爱，它是用到这样的一个弧形去聚风，聚风了之后，然后从这个小口吹出来，然后外面这个地方的所有女生们切割，它就可以把风不是直吹出去，它是把风去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得很细，因为它整个的风网比较细，所以手指进不去。对，好吧，这也会比较的安全一些。而且我跟你们说，娇小的身材，但是它的动力非常非常的强劲，真的很厉害。他们家的空气循环扇，而且很静音哦。我们来听哦，所有女生们很静音哦。我们调一下档位。可以啊，你把风量再调高，它一共是五档档位。我调到最大风量，我们来听一下它的风量的声音。这个是最大风，这最大风哦、这个，这就是你回到家里之后做整屋空气循环。这个最大风的风量真的是很大，它可以吹10米远左右。但像我们正常的低档，其实它的声倍是35分贝，分贝非常静音、哦，非常非常的柔和，它有一点点小小白噪音的感觉。对的，而且其实就是这种，第一桌面是，第二你放在一个小角落里搭配家里的，我说实话，空气净化器你也可以搭配。是，然后主要是我跟你们说，搭配你们家里的就是客厅里面的大立柜。好不好，那个立柜也是那个吹风哦，我的妈也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吹起来直吹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吹风放到什么，搬在那个对着电视机那边吹、嗯、然后你这边的隔山又开始贼热，好不好？但是你要直吹的话呢又贼冷，你就可以用它来做整屋循环，让你的整个的环境，看，就是这种空气循环扇可以做整屋的一个环境的一个对流，对流，对，换气嘛，因为你开空调、嗯、你开还开窗，你真的是家里蛮有钱的，是的，那你就用这个去做实现它一个空气整屋对流，嗯，好不好？来吧，我们的爱丽丝空气循环扇429一台，我们直播间到手价0100的优惠券，拍立减30块，到手价298一台，来吧，3、2、1，我们的疫情地区可先拍，然后我们晚发货给大家，好不好？是，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爱丽丝空气循环扇，我们上链接喽。对，然后你也可以作为一个小的一个桌面的电风扇，是，然后也有定时功能，你别看它小，其实该有功能都有。对，包括它的风量，其实相对而言比一些落地风扇来的都要高和强劲，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我们爱丽丝空气循环扇，已经上链接了你100元优惠券哦，好吗？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让它避免在今年夏天直吹，让大家今年夏天的空调省点钱。OK， 好不好？真的，我跟你们说，这200多块钱哦，你们家空调开一个月省回来了。嗯，真的，一个月的电费就省回来了，这台东西。对，就是大家夏天小朋友在那个假期嘛，肯定是 在家里面玩嘛，学习啊，画画呀、啊，拼乐高啊，嗯，坐在那儿热得要死，一整天都要把它开着的。嗯，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今晚的第一大爆品来了。啊，第二大吧，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已经卖了5000台了。我看了，好牛啊！科沃斯扫地机器人卖了5000台了，大家想买的女生赶快去冲。接下来我跟你们说，美眉们，相信李佳琦，我只是现在没有办法去楼下给你们拍和楼上给你们拍。我告诉你们，所有女生们、美眉们，我们家的所有的洗衣机都是松下。我说句心里话，李佳琦最认可的洗衣机就是松下。我妈还不远啊，不能说万里、千里、百里到杭州。去杭州松下旗舰店去看，我告诉你们哦，所有女生们，佳琦直播间，我跟你们说，洗衣机这一台，你只要碰到了，你真的想要换洗衣机了，你有这个换洗衣机的预算了，相信我，没问题。松下10公斤洗烘一体，3698到手，今天晚上 ，Oh my gosh！ 不是单独洗衣机啊，是洗烘。你知道我单独洗衣机啊买多少钱？你知道吗？就是洗烘套装哦。花了多少钱你知道吗？10000多。内购价13000块钱，我妈买的，嗯，买了两套洗烘一体，洗烘套装，就是四台嘛，两台洗两台烘，花了快3万块钱左右，而且还是内购价哟。这一台洗烘一体只要3698，松下洗烘一体3698，冲吧美人们，这个价格真的比内购价还要便宜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吗，松下品质对于洗衣机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有保障。首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贴图好不好，外观这种白色的一个机身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他们家的话做到的是无旋钮的一个设计。对，我们切这个视频，你看它就是什么，它就是白色外观，很漂亮，融入大家一般的简装是比较好看的。对，然后它是没有那种旋钮的，它是直接按键的，
然后它就跟那种法式啊、现代日式家装风格很搭配，是。而且他们家的话是不同于传统的机械按钮，它是触控面板，你看，所以操作起来非常的干净，而且面板非常的干净漂亮。充电之后，它就会显示对应的一个菜单，对的，整体的桶身，他说会给人感觉比较精。有个叫做肥皂梦想家用的就是这台，谢谢你，这台是不是超好用的？而且哦，他们家是 X 型的一个内桶展示，就是直接提高了我们衣物，减少衣物对衣物之间的一个摩擦，然后包括哎，妹妹看。我们比如说换季的时候，或者是一个月的时候洗一次床单，套件你看，哎，四件套全部丢进去，没任何问题。对，十公斤就是大容量，十公斤洗，六公斤烘，一次性可以洗36件 T 恤，四件套落地窗帘一次搞定，好不好？而且我们拥有12大洗涤模式，羊毛、羽绒、牛仔、超柔软洗都可以有到，而且我们的烘干有羽绒烘干，你们不需要把羽绒服它放到外面去洗了。现在羽绒服外面去洗一件100块钱一件，要因为贵的看长的，还要看对，还看你的羽绒是不是好的绒，带带毛，然后带不带毛领，带毛领还要重新加钱。对，自己家里面洗呗。他们家运行用到的是 BLDC 的电机，运行的时候放了很细的口红，它都不容易倒。现在在运行过程中，你看，而且它上面放了一支口红，它不会用，就是以前老式的洗衣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哇，以前那种皮带式的滚筒式那种，我的妈，哒哒哒哒哒哒。感觉那个地震了一样的，感觉自己要行走了。对，以前是那种皮带式的，我没办法，就是它用多一段时间它就会松，会抖。对，现在它不会抖，这种偏直流的电池。是，而且我们做到了3000多的洗烘套装，洗烘一体，我们做到是一级能效，一级能效，所有女生们相当于现在是新一级了，对吧？整个省电效果非常非常的好，省电要用的呀，好吗？而且我告诉你们，它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空气洗，这个是最好用的。现在谁没有一件大牌衣物？它是不进水的，对吧？嗯，所有女生们，你们冬天的时候可能买了什么什么 Monco 的羽绒服啊，什么一件貂啊，一件皮，不要买皮草啊，皮衣很那个、皮衣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你们买那些什么 Gucci 的连衣裙啊，然后真丝的什么东西啊，对，美们没有搞脏，只是出去做了一个参加了一个 party， 然后出去搓了个麻将啊，那别人抽了根烟，然后上很多的烟味，很多这种烧烤味，但是没有脏，你不想洗没关系，我们用空气洗，通过热风，我们用热风把我们的味道除掉和细菌除掉。但是我们不会让它碰水，因为衣物多洗它的颜色绝对会变的，哪怕你买再好的洗衣机它的衣物都会变色。你知道就是松下送了我一台他们家那个柜子厨卫的柜，那个柜子要10000多呢，看你也不咋用了，对，因为确实不咋用，忘记会，但那个柜子要10000多一个，所有女生们我们直接搭了空气洗就相当于那个柜子了，对，就不帮大家打湿衣物的同时洗好，而且第二天可以立马再穿，那个很棒，那个功能一般顶楼的女主会才会有那个功能，因为今天参加了一个活动，不，顶楼的女主有10件衣服可以换， okay, 就是那种经常参加活动或者今天有一个聚会，但是明天的聚会是另外一波人，明白，但是我又想穿这件衣服，那你就可以直接用空气洗，好方便，很方便的啊、嗯哦！来吧，我们做到了高温除菌以及除螨，可以帮大家在实验室检测下面对于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酒精跟白色念珠菌的除菌率达到99.9999%，好、啊，5298，我们直播间到手价3698，我们领300元优惠券，再减1300，松下洗烘一体机，来吧，冲啊，妹妹们！新装修家庭这一台你值得拥有啊！是的，直接买松下呀！来吧，里面还有一个功能啊，你说，不一定有，我们这台跟这个还不一样，不是那台，它肯定是因为它是活动的，它里面有一个架子。然后你把被子整洗好以后啊，不，你那是套装，你那是套装，就是我们那个。好了，阿姨，那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我的，我们是这一台，来，我们是这一台，嘘，那台是贵的，不一样的，好、啊，它是3000，我妈说那个是10000多的那一台啊，那个附加了另外一个功能，我们这个3000多啊，就是不要前面那个一，好不好？来，所有女生们，数量填一领300元优惠券，我们上链接喽，来吧。数量拍一拍立点领300元优惠券3698元，没错，刚说过的10公斤洗6公斤烘、除了正常的我们12种的一个洗涤功能之外，李佳琦说的空气洗真的很方便，然后想买洗烘套装等618，对，好不好？想买洗烘套装松下618准备给你们了，只要你们准备好钱就行了，对，好不好？但洗烘套装我说句心里话跟我内购价一样的，对，然后去年双十一比我内购价还要便宜，我的家里的同款洗烘套装，嗯，我家的同款洗烘套装，我买13000多，我们直播间12000多，真的，我记得很清楚，真的，好不好？比我自己内购价买还要便宜1000块，这就是我们的能力啊，是，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松下，松下确实是一个很好，而且做我们那种大家电很。就是我觉得 top 的品牌了，有品质保证，然后其实我说实话，你买家电真的要看电机，嗯，因为电机是后期，如果你能不能用个5年、6年、7年、8年，然后是一个非常核心，不容易被淘汰，这是一点很重要的。因为买洗衣机又不像买手机或者买那种什么小家电，好吧，随时换随时换，没有必要，
好不好？大店真的基本上你、用个五六年，这是要必少至少的，我觉得。看品牌，看电机、但是我们也会帮大家上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的西门子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好的博士啊，西门子性价比高啊。西门子没有卖过，西门子是冰箱。我们要海尔呀、海尔啊，美小天鹅，海尔美的小天鹅。然后我们贵价，西门子性价比高，贵价就是博士跟那个西门子跟松下。嗯，谢谢。但是西门子上次我们上了一个比较便宜的，那是我们选的。你今天其实松下这个性价比也是高的，是是是，我只是说我们也会上一些性价比比较高的那一种。对对对，对。好吧，我们会帮大家找的啊。我跟你们说，618绝对会是一台大，一台贵价，一台便宜。嗯、然后冰箱也是一台贵价，一台便宜那种给大家，是好吗？就让满足大家所有人的购物需求了。就大家的、真的是需求不一样，然后家里的就是预算不一样，哎、因为有些人对于电视机可能要追求好一点的品牌，洗衣机可能就稍微可以用就行的那种，对，可以洗干净就可以、我也是这样，好吧，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来吧，我们下一个 Pico， 我们有视频哦，我跟你说，我有一台是放到家里面，买了一台放到家里面是没有开箱的那一种，这个非常好玩，你们一定要买它。而且你知道他们家这款是什么？是在做什么？在做一个，我觉得来，就是怎么说呢？你说，就你知道那个吗？众筹啊，很多品牌新东西出来说要众筹，然后你先花多少钱就可以买到那个价格，然后别人上市了之后让别人买那个价格，他们家感觉像个反众筹，什么意思？你先买，你只要玩，我天天玩，玩完了之后我们再退钱给你。退一半的钱给你，什么意思？你今天花2699就买回家，你只要打卡180天，我们返1349的现金给你。对，你只花了1349。哎，美们，线下商场去过没？商场都会有那种什么小朋友玩东西的地方，有没有玩过这个？我玩过，有一次玩那里不想走，很搞笑哎。打僵尸或者这种运动都可以，它就是一个所有女生们美们 VR 一体机，它可以做到我们的游戏交互，也可以做到我们的影片的一个观看。他们家是做到了所有女生们 4K 的高清，刷新率极高，而且他们家做到6+256G 的大内存，而且是高通骁龙 XR 的2 VR 处理器，所以整个的运行很流畅，而且我们安卓第三方会有很多热门的 APP， 你们随便下随便玩。其实很简单，我们正常把这个头套戴上去，基本上所有的视野你覆盖到的都是我们对应的游戏。我跟你说，你戴上去就感觉你自己进了另外一个空间，真的很有趣。而且它那个空间是贼大，就是那种你知道360度环形大屏幕，因为你头抬着这样子，上面都有。地上左边有，都有。我们有一次拿它看恐怖片，是把我们差点吓晕过去。我们有一次真的在线下的时候，我们有去玩，很好玩，这个真的很好玩，所有女生们你们一定要试试看它，而且它的佩戴很舒适，它里面都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棉质的一个加厚，对，没有，所以整个的佩戴没有什么眼压，而且所有女生们美们，他们家又会有两个遥控器，就是你可以有两个遥控器，然后做到什么，做到就是不一样的一个开门啊，射箭啊，玩游戏，然后那个怪兽来的是真的是到你面前来，吓死，它的独占游戏特别多，就是仅仅只有 Pico 才可以拥有到的游戏点很多，是的，好吧，而且它的那个手柄的话都会有交互的一些体验给到大家，然后所有女生们可沉浸式玩游戏和看电影，他们家这种的话，所有女生其实真的你现在随随便便一个品牌就要3000-4000一台，很贵，真的有的男生女生可能负担不起哦，我觉得宅男宅女们这个你绝对会爱，你知道他们家自己卖3399，我们直播间2699，减了700块，对不对？然后我们送大家收纳包以及海那个棉泡棉四个，就替换，或者是家里多人要用，你就是泡棉做大送大家四块，然后你只要在我们的游戏上面第一次开机之后，每天打卡你打卡180天，我们立马返1349块钱的现金给你，相当于直接5折，然后我们还送5款 S 级的游戏。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再送50元的猫超卡，还有2000P 的币给大家。对，2000P 的币你们可以去买游戏，好吗？12期免息，绝不绝？相当于每一天只要几块钱，而且相当于你只花了1349.5块买到这个。是的，因为我们只要打卡18天，你只要登录一下每天。我也说实话，登录一下你自己省钱，就是给自己省钱的动作啊，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3、2、1，我们的 Pico 来喽！然后我们今天做到了一个30天的无忧体验。哦吼，哇，我们还有30天的体验，这是第一次给到我们。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清楚啊，我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一个点是这样的：你30天，如果你说买来送人好，这个人他不喜欢，那这个人好奇怪不喜欢，那我就给他退货，退了。如果你没有开启到我们的那个5款游戏的兑换和我们2000 QB 的话，我们这是2699全额。是，如果你开了话，我们对应把这些钱折现。我们也可以把机器本身的钱退给大家，没错，嗯，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他们家真的我跟你说非常有实力，而且非常贴心，他们家是的，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咯，就是害怕大家把拿回家变成一坨废铁，
就是让大家可以玩起来。而且现在大家宅家里面的话，其实也可以跟家长啊一起玩一玩新的东西，这个真的很好玩，而且会一身汗。就是家里自己玩的时候玩完一身汗，我说出来就是沉浸式体验。但是所有女生们要注意安全啊，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对，但你不要超出那个安全区，警示你。是，然后也不要被吓到啊，就稍微的有点心理预期就好了，不要被吓到啊。我们今天只有1400台，是恐怖的。所有女生们，今天只有1400台，大家赶紧抢，我们下架了第一轮，我们再加货。好的，好不好？笔记本我们今天是外星人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直接去拍，外星人应该只有一点点了，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他说我觉得怪吓人的，确实，因为它是 VR 嘛，带你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你可以玩一些趣味性的益智类小游戏啊。啊哈，好不好？我们上链接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在我们的宝贝链接的67号，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好吗？来下一个。你真的，你现在把我整个桌子都震动了。哦，这样子好一点。来了吧，我们的松下微蒸烤一体，我们松下的微蒸烤一体机来了。这个所有女生们，如果在装修，如果你没有干嘛，你没有装厨就壁下的嵌入式的那种烤箱，你就直接可以买它。所有女生们，松下的微蒸烤一体机来了，他们家这可是一机多用，解决了厨房拥挤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你们自己要不要买个电烤箱？要的。空气炸锅要不要？要的。电炖电那个电那个冻电炖盅要买的，还有酸奶机也要买的，什么解冻箱，什么微波炉啊，什么发酵箱，各种各样的烘焙的一些机器。对，但是它是一台搞定多台，它是27升容量，妹妹们，27升容量，我觉得一家三口哪怕你请个客做个食材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前两天烤箱是14升嘛，对应来说它其实大约都是我们嵌入式烤箱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毫升数了。然后大家不要走开，下面一个是我们的卷扬破壁机啊，然后他们家27升，然后它的松下的美门做到的一个蜂巢顶面的一个设计加热，它是无需要裸露的一个烤管，而且是不锈钢的一个内壁，它就要更加的好耐腐蚀，而且比较的好清洗。最主要的是温度加热会更加的均匀一些。对，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的菜单键是比较简单的。采用到第一是旋钮式，第二是我们的按键式。旋一旋，我们可以基本设定好时间、火力、重量菜单。对。然后大家对应，比如说我只是单纯想要微波一下东西。对，加热一下。你就单独的选择微波，然后如果想说作为那个蒸汽烘烤，这个就属于大菜了，然后我们再单独按就可以了。包括底下的开时间、暂停键。然后如果刚佳琪挡到了啊，对不起，佳琪刚刚说到的像发酵功能。就做酸奶、做蛋糕，省去了一个发酵机，然后我们然后爸爸妈妈喜欢做面食，用它来面团发酵，好，好不好？都可以。其实操作起来是比较简单的哦，然后它也是做到一个30秒快速，我们把那个蒸汽迅速在里面蒸海鲜，因为中式家庭比较喜欢做蒸煮，是，然后上面放一些豆豉，这样就蒸海鲜。特别鲜，我跟你说。啊，我跟你们说，马上会有个东西会很火，你相信佳琪。就是蒸锅，以蒸汽锅一定会变得很火。上面是底下炖，因为你吃没吃过我们那个，就是公司附近那条路上的那个蒸汽海鲜？吃过那个粥，好好吃。我然后我就说，我说蒸汽锅一定要变成爆品，然后我就要九阳做了蒸汽锅。OK， 我跟你们说，现在是烘烤锅，现在是那个什么空气炸锅，对不对？后面蒸汽锅绝对会爆火。OK， 你们吃轻食的时候，夏天蒸海鲜，不加任何一滴油，蒸那个就是那个蔬菜。哇，好好吃，而且非常非常的轻食减负。我们说回来这个来，好吧，但是我们这个也可以做蒸汽啊。但是你给大家看一下啊，所有女生们，这是我们家的红薯，就是你烤这种红薯会烤得非常非常好吃。而他们家是3档的一个蒸汽条件，可以把控到每一个的那种温度，让食物不脱水的同时，不干扁的同时很美味。而且我们做到的是3层的防爆玻璃，安心使用，小宝宝就是误触了也不会发生意外。好吗？而且我们的所有女生们，那个内腔是可以做到空气清新无味，让大家告别了经常要去清洗，做一道菜要清洗一次，不需要的。是，其实就是多功能的。你买了它，不用买微波炉，不用买单独的烤箱，对的，一机就可以，因为你本来就没做内嵌嘛。对。你可能桌面上的摆件还是比较多的，直接买一个。对，而且是松下哦，天猫店铺价3999，我们直播间领300元优惠券，拍立减1000块，到手价2699，我们送松下厨具消毒。799一个，送松下的烘焙6件套礼盒499，我们的赠品是分开发货给大家。来321，我们的松下微蒸烤一体机，我们上链接咯。对，直接给大家上链接啊，我们领的是一张300元的优惠券，叠加拍立减，到手价格是2699元。啊，今天晚上不好意思没有洗碗机，到时候我们后面回公司直播了，帮大家上洗碗机。这是一级能效的，是一级能效，好吧，特别的省钱啊，相信省电。辛苦大家，我们拍链接，
开立减，然后领300元的优惠券哦。好的，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接下来的产品顺序，我们给大家来稍微的预告一下。我们有九阳破壁机，有西数的移动硬盘，有飞利浦的电饭煲，以及我们的尚明按摩椅，九阳碎冰榨汁机，以及苏泊尔的封口机，小熊全钢双层早餐机，还有小熊大容量的绞肉机，以及芝麻的智能投影仪999一台，还有我们的雷瓦的红外线造型器，以及我们的爱丽丝除螨仪小事修足器，就没啦。好的，好不好？辛苦大家，明天晚上是我们的宠物小专场，大家要多多的关注我们明天晚上的宠物小专场。对，新喜悦，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反正我们一会儿会预告每天有哪些宠物的产品。对的，好不好？来吧，这是必买单品。我有个脚棒，相信我，这一台必买。有没有女生美们买过它？在我们直播间，我们播过，这应该是第五次了。他们家这一台，所有女生们，九阳多功能破壁机很好用，而且性价比很高，而且所有女生们包括熟豆功能都可以，然后生豆功能放进去都可以做研磨，好吗？研磨榨果汁，当辅食机，当豆浆机都可以，他们家研磨棒可以直接研粉，对，然后它是压下去做研粉，是所有女生们900瓦的大马力电机，6叶的立体钢刀，做到高速破壁，而且细腻免滤，它是免滤的哦，就是你豆子直接打出那种特别特别稀的感觉，你可以直接喝那种。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会有一些自定义的这个菜单，定菜单，大家操机的时候就很方便。嗯，并不是说，其实我说实话，破壁机一般大家需要的人群可能就是比较偏养生的，注重养生的，是的，或者是一些大龄的男生女生。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对应功能操作就很简单，我直接一键。直接点击启动就 OK 了，它就会比如说先做到一个炖煮功能，然后再有食物做熟之后开始搅破壁，然后所有女生们，他们家这款的话，热饮可以做1400毫升，冷饮可以做1750毫升，满足家庭3到5人的一个选择，对，而且一键清洗啊，解放双手，好不好？你直接就是直接可以，它直接做自清洁的那一种，很方便。宝宝辅食、榨果汁都12个小时的预约功能，晚上可以直接订好东西，放好东西要做预约，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喝到一杯好好的豆浆了。是，嗯，对。然后我说实话，破壁机它打出来的真的就是很细腻，声音大不大啊？大。这个一定要老实跟大家说，我也想哪台破壁机声音不大？没办法，因为它首先里面像豆类的，首先它是比较坚固的、嗯、硬的东西啊。我们这个又是高硼硅玻璃，是重物碰重物，你想说难免的，它一定会有一定的恒定声音。就不要凌晨3、4点钟做破壁就行了啦、嗯，早上的做一做没关系了，小朋友也要起床的，爸爸妈妈也要起床的了。这是生活的声音，对，这是生活的人间烟火气的声音。该起床了，好不好？来吧，所有女生们。九阳哦，美们，豆浆机跟九阳是画上等号的，不是约等号，是等号的。等号、嗯、买豆浆就选择九阳豆浆机，899一台，他给佳琦直播间这一台领520的优惠券，379，绝不绝这个价格，379拿到这么大一台的破壁机、果汁机、辅食机、料理机、研磨机都是它。3、2、1，我们上链接。嗯，来吧，379一台，我们的九阳破壁机已经上链接了，领520的优惠券哦。对，大家直接上，然后包括很贴心，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清洗功能。是，这个功能就针对一些，比如说今天我研磨的一些东西比较偏绵密，绵密稠一点点，正常洗，我觉得底下的钢刀啊，我可能冲洗不到位。是，你单独的加一点点水进去，让它先去做一个这样的滚式的清洁，我们再用一些冷水、热水再去做浸泡，这样的清洁会比较好一些。对的。哦，好不好？多多关注哦，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架喽，我们再加一下货吧，在我们的宝贝链接的所有女生们，69号宝贝领520的优惠券，到手价379哦。大马力电机再加上我们六叶的一个立体钢刀，嗯，才可以达到非常细腻的出渣。好，下一个西数移动硬盘，上次卖超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上次这么多人买移动硬盘。我们今天西数移动硬盘，我们有2T 还有5T 的，因为上次只上了2T 的。是的，所有女生们，移动硬盘我们来了。西数是一家公司，来自于全球知名的储存解决方案的一个提供商，他们在1970年做的，而且很多人买移动硬盘都选择西数，而且他们家的话，所有女生们是随行的一个移动硬盘。然后我们这次的话做到了有几个国风的一个外观，对，我们这是鲤鱼跃龙门，是啊，这是我们的飞鹤，对，然后包括我们基础的颜色都会有，然后这种纯色，像一些我觉得做设计的，然后包括做剪辑的那种人，他们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需要买到我们这样的移动硬盘来储存一些照片啊，一些视频啊。那他们家这款的话是带来了 2TB 到 5TB， 为大家方便的选择到正确的容量。所有女生们，六个颜色可以选择，颜值都非常非常的高。这个是，这是我们公司自己买的。你看，都已经用的很久。我看一下这几 T 的，因为我们每一天的直播素材都要被储存下来，所以我们就是用到的这种西数的移动硬盘。这个是因为今年品牌说它的2T 做了一个升级，对，而且它会
更薄一些，这是我们公司自己买的，才买的两 T， 对，它会更加的厚一些。这是我们今天的新款，更薄，所以大家储存起来和携带起来特别非常方便。包括闪迪都是他们集团的，没错，闪迪是我们上一次卖那个内存卡的那个，是的，卖的非常好那个内存卡。然后他们家也做到了 AES 的一个加密，就是大家可以放心，他们家做到了硬件的一个加密，让大家丢失的时候没有关系，它不会。美门被什么被别人窃取掉，而且他还做到了一个免费的备份，是啊，可以实现我们的定时自动备份，对，给数据更多一份的保障。因为我们知道有可能是下雨天你放在背包里它进水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损耗，数据上的丢失。嗯，那我们这一次官方提供到了一个智能备份的一个软件，让大家实现自动备份，而且我们的移动硬盘做到三年质保，保质期内只换不修，如果不是人为损害，到我们购买的时间三年内悉数直接给大家一个新的移动硬盘，特别高效，好不好？不用漫长的修复时间，嗯，而且修复那些照片视频你也怕别人，对吧？是不是？不是官方的，嗯，没办法，害怕丢失。对的，对对对对对，嗯，好吧。而且我建议大家，你们买了移动硬盘，上面可以贴一个那个，用我们的集齐标签去贴一个你的电话号码，嗯，掉了让别人还给你。对对对对对，好吧，因为他买回家也没有用，他捡到了他也没用，打开不了的。好不好？你就贴个锦锦标签机，写下你的电话号码，让他还给你就行了。来吧，所有女生们，我们的西数移动硬盘两 T 加五 T， 然后包含防震包以及硅胶套以及 OTG 的转接头，佳琦直播间天猫店铺价两 T 459，五 T 789，佳琦直播间两 T 409，五 T 739。3 2 1，我们移动硬盘上链接咯。对，其实像移动硬盘不仅仅是比如说我们的剪辑视频或者是一些设计师来用的，对的，像一些宝妈她可以存长期小朋友从小到大的照片，宝妈巴不得把什么把一个摄像头挂在小朋友身上，对吧，一分一秒钟都不想要错过小朋友的镜头，你这些素材你日常都放进去，海量的照片一直怼着拍，反而就是没有什么内容也觉得好好看，嗯，好不好？所以女生们、美们，大家可以去买买看哦！辛苦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哦。我觉得如果大家要存一些海量的照片、一些视频、电视的影集，你直接买五 T 的，没错。对，然后对应像我们正常来说，两 T 的是够用的。对的，嗯，好不好？日常办公两 T 是绝对没问题的。简历啊、照片啊、你的自己的信息、工作的文件，一定要存。每次做的工作的一些文件啊，包括你做的一些工作的什么 PPT 模板，都把它存起来。我跟你说，后面绝对有天用得到。找下好方便。然后你就直接把东西一换就可以了啊，让你们工作效率变提高一点，好吗？西数已经全部都加好了，下面一个我们的飞利浦智能 IH 电饭煲来了，我们的飞利浦电饭煲做了什么菜，IH 电饭煲它来了，辛苦大家。这啥这啥饭，来老郑你看一下，我们郑浪，我就在叫郑浪，不是在叫郑总。你敢叫我们郑总叫老郑，郑哥，郑哥看一下啊，我们那个美妆招商给你做的饭，星空饭，星空饭满意吗？服务了，我觉得没必要。汪佳音，为什么你脑袋里有这么多的东西？你很适合开一家黑暗料理。但是这个颜色是怎么做的？黑枸杞是？黑枸杞？李佳琦，你真的是物极必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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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词怎么说的？什么东西都用到极致了，你已经。星空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可以，但没必要。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星空饭，你吃的下面是什么？大草原？不，那个沙漠戈壁。你想做的是什么？它是夕阳，这是星空，然后这是什么？这是我可以理解为大地，然后这是什么？戈壁。这样，等一下，你把本来的那个小某书上的照片给李佳琦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我跟你说，他给我看的照片不是这样的，所以是长什么样的？我看一下，那个照片很好看。OK， 沙漠戈壁都出来了。他其实他每天做饭有在用心做，因为除了做美妆、正常招商工作之外，差很大，小姐，给他们看一下吧。我们就把那个小姐姐的名字挡住，这个很火，我们是看的他做的，他这个是很像哎，看一下啊，是真的很像哎，李佳琦好像比一比还是蛮像的，但最后怎么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是有点落差呢？开了美颜和不开美颜吧，可能那我们拍一张开个美颜，哇，人家做的很好看，人家做的有层次感，对，也很棒啦，也很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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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公司，厉害，厉害，厉害，难为了，难为了。那个苏小峰看一看啊，好不好？苏小峰啊，有没有在认真上班？就看这个饭怎么做出来，这个摆盘怎么做出来。什么叫艺术品？好不好吃？好吃。来吧，所有女生们、美们，苏泊尔，我们的飞利浦做的饭就是香。对不起，
飞利浦厨电，他们家在电饭煲行业里面是一直对于行业的标准跟打造和升级都是一直在不断的前进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饭煲啊，他们家颜值真的非常高，就从外观颜值来看，黑色黑金，好好看哦，有没有？而且哦，所有女生们，整个它的面板都是这样的一个圆弧形面板，对，有点像那种鹅卵石那种铺的感觉。而且哦，这边的话说到了我们的预约的一些菜单，你看一下这个菜单，我们细节看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能细化到这种程度。东北米，我就不相信你这个锅还可以分的是西北米还是东北米，它可以、哦、还是南方米。如果大家要做那个东北米就出来了，等一下，我服了。我今天过麦点的时候，我整个我也是这句话问老板的，因为它可以做到一个精准的温控是啊。然后呢，你看，比如说像煲仔饭、炒饭、烩饭、焖饭、日式拌饭、我们的拌炒米饭、杂粮饭、寿司米、香米、细苗米、东北饭。我想知道旋风煮，所以它煮出来的饭是。是肯德基麦旋风，麦当劳的麦旋风吗？一坨，刚刚讲，它就是会比较偏高效一些，是是。啊、然后，飞普我们有在认真介绍，认真介绍，有在认真介绍。只是我们会再探讨一下你们家这么智能的一个东西跟行业的一个新标准，真的是精准控温，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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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针对于米饭的大小颗粒和你想吃的口感去。耶、yeah, ，而且它是 IH 的立体大火力加热，是1250瓦的一个加热，而他们家是做到了360度的那种加热，就是让大家的饭不容易焦底，它是全覆盖，对，然后它的饭，你的下面熟了，你的这个地方也熟了，因为很多的饭它就下面就变成了锅巴，哎、对，而且烤糊了，然后上面的饭还是生的，对，它就不容易出现夹生米，对，就整个它是360度的一个加热。你想象一下，正常我们可能单独它就是平底的，对，它面积就这样，但是我们一般的像柴火饭，它的整体的火力它是包裹度是这样子的，没错，所以它才可以做到全面的把每一颗米饭都做到。而且我们做到的是金铁的一个内胆。所以它的高效的传热性和耐磨和耐刮性会比较的好一些，像很多人他们自己就是那种就是什么饭勺往里面全部乱刮，它也不会容易对、不会容易坏涂层，不会，好吗？所有女生们，飞利浦智新 IH 电饭煲799，我们直播间到手价只要479，领32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479。如果你是88 VIP， 只要455哦。3 2 1，我们上链接喽。他们家饭倒杯不洒。是撵上去的吗？我刚这个西红柿是撵上去的。汪佳音，你怎么可以做到西红柿倒杯不洒的？我刚刚本来想立起来，哎，发现立到这种程度都没……哎，来下来了。哦，可以了，可以，还是会洒的啊、哦。来吧，我们上链接喽，479块钱，到时候我们的飞利浦智能 IH 电饭煲 HD 型的啊，哎，辛苦大家啊，多多关注，88 VIP 可以更便宜。首先 ，IH 电饭煲大家一般来说要1000元，是。你以前去日本很容易就说背电饭煲。我跟你说，我真实背过两个电饭煲，在日本2000块钱背死我了，那个。现在没必。下飞机的时候，然后走那个长廊的时候，我的妈耶！都想说送给商品，送给空姐，这提也提不动。很累，而且还在日本免税店买，累死我了。哎，现在首先品牌力大厂出品，我们的飞利浦，然后 IH 电饭煲，而且精细化的珍珠米饭，没错，好吧，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啊、哦，大家可以直接去拍起来啦。下面一个，我们的美门上明按摩椅，以及我们的九阳碎冰榨汁杯。真空锁鲜机以及小熊的双层早餐机，小熊的绞肉机，后面都是很好买的，还有芝麻的智能投影仪、很棒，这个投影仪999，还有到的是我们的雷瓦的红外线造型器，可以的，打动的，以及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爱丽丝除螨仪，以及我们的小事电动修足器，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来吧，下面一个我们的上名，好吧，我们的上名天猫智能按摩仪来了，上名按摩仪来，我们挂个图，直接，大家可能有一点点看不到。画个图，大哥，来吧，所有女生们，上名，我们今天到手价只要多少钱？哎，他们家卖14800，14800，我们直播间只要49999。它是太空舱，太空舱小的那种。上名太空舱只要4999，好划算呐、啊！对，我们卖上名按摩仪卖了非常非常多台。上名他们家做按摩仪的话，也是一个领导品牌。他们家这次的话，所有女生们，外观超漂亮、超高级的那种，有点像跑车流线型的这种太空舱。你看颜值高不高？这种按摩仪摆到家里面，感觉你们家里这个按摩仪10000块钱一台。哎，它好的点啊，它是那个 ABS 的一个我们的材料，是有一些猫猫它很容易说会抓挠我们按摩仪外侧，没错。这个的话，相对而言它是那种塑胶感的，是它就不会容易让什么让小小猫小狗这样跑掉它外面，而且它这款的话是有一种超跑的元素型，而且内侧都是用到的环保的 PU 的人造革。亲肤，但是好哪里？对，好吗？刚刚也看到我们旁边会做到的气囊，我们的美门肩膀旁边有两个气
囊，手两个气囊，脚两个气囊，就是让你们在按摩的时候，除了滚动的按摩，而且它整个的气囊挤压会让你更加的舒适一些。然后最主要的是颜值贼高，而且旁边还有充电，以及我们的一个检测模式。我们有 AI 的健康检测模式，什么意思呢？你只要去触碰到我们的 AI 健康检测模式，它可以帮助你做到什么？做到人体的一个健康检测。对。但是一个比较偏什么偏轻的健康检测，你们要体检还是要去体检的。嗯。它还搭载了我们的天猫精灵，然后我们有六种按摩模式，12种按摩场景，所以它的按摩的需求量会满足到大家所有的人群。对，然后我们看到我们正常来说是一个这样的花瓣式的一个硅胶的按摩头，它其实正常的圆柱形的同时，它上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小触角小凸点，对，它可以还原我们正常就是双手手指的一个指压感，让大家会触达到你真正疲劳的那个部位的那个点。没错、好精准。而且要所有女生们美们，我们这款的话你只需要靠墙5厘米的一个空间，它的太空舱不是直接往后倒，它太空舱是往后倒的，是往前走，所以它的话隔墙放不会占你们家太多的一个空间。而且我们的按摩椅加载的是 SL 的一个四驱导轨道，它的 SL 的四驱轨道就是美们更加的贴合人体的一个背部。这边是一个 S， 然后正常的 L， L 一个是脊椎的位置，然后一个是腰靠的位置。正常一大二代，它不是直的，对，一大二代就单向，它按不到你的脖子，按不到你的那个肩颈的位置。对对对，所以它这个的时候其实全方面照顾到第一个颈部、肩部、我们的背部都有，好不好？天猫店铺价14800，14800，我们直播间领2000元优惠券。拍立减7771，再有30元的平台券，到手价4999，我们送罗莱 Lovo 按摩椅的一个盖毯，再送我们按摩椅的专业防尘套，对，然后我们可延期发货1年，我们直播间加赠延保3年，总共5年的延保，准备啊，3、2、1，我们上链接喽，上名按摩椅来吧。对，数量拍一2000元优惠券叠加，我们的平台是30元的优惠券，是的，这张30元优惠券其实是后台会自动领取，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直接买就可以了，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上名按摩椅啊。大件最后一个大件，嗯，后面全部都是小件了， okay， 好吧，谢谢，都很好买了啊，辛苦大家，谢谢上面按摩椅618双十一来玩哦，好的，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 哦，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它还有一点，它可以 AI 控制，对，就是我因为爸爸妈妈有的时候说那个遥控器、看不见，我老爸也看不见，对、嗯，或者找不到丢失，你就可以直接唤醒天猫精灵，我要干嘛干嘛就可以了，好不好？来下一个，我们的九阳碎冰榨汁杯，我陪伴了我们好久，我们跟他是有感情的。这个我跟你们说真的非常好，相信我好不好？哎，美们，就是解封了之后拿它去海底捞喝回来，可以，这段时间没有喝过的果汁全部都喝回来，嗯，免费的果汁。美们，所有女生们，你看啊，这是我们里面加的菠萝，加了一点水，然后加了蓝莓，加了梨，嗯，然后你们就是这样直接可以把我们的食材放好带到办公室去，想喝的时候直接加，对，然后把这个杯带到海底捞去，不用点饮料了，海底捞火锅也不贵嘛，自助，对吧？但是他们点那个一扎一扎的那个果汁贼贵，现在海就是那种火锅店的果汁一扎要几十块钱上百块钱，对，你们直接用这个，因为他们有自助的水果店嘛，对吧？充满电十杯绝对搞得定啊，老公也一起去，老公一个杯子，自己一个杯子，你买这个99，你一扎果汁就回来了，对不对？然后跟你们说它放上去的话，美们，如果你没有盖紧它是不会通电的，因为我们这边会有一个点，看这个点，对，下面这个点盖紧了就它才会开机，然后你清洗的时候它是不会开机的，然后它是6叶的旋风刀头，要摇一下 OK， 里面的梨都炸出来了，瓶那个菠萝都炸完了，而且根据你们自己要的一个粗细度你可以这样去做一个炸，你知道我们去年摆摊的时候就用这个，真的跟我们一起去海口了，超方便，这个就是双击启动，大家只要摇晃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充电好一次可以打10到16杯，我们真的全靠它，所有女生们美们，水果汁就做出来了，我自己品一下是不是很厉害，美们 IPX5 级防水，然后你把这个盖子打开了之后直接冲水，对，然后盖子打开了之后我用这个来演示吧，这个脏，这个打开了之后你看啊，它是不会开机的，是是，盖子你没有跟我们的杯子做吻合它是永远不会开机，所以小朋友误玩它不会砸到手，误触，然后或者你自己做清洁的时候不小心摁到，哦吼，看，然后你可以直接什么样，所有女生你要浓一点就少加点水，你要稀点就加多点水，然后你盖好了之后点对点了之后它才会开机，听声音，嗯，懂意思了没有？ 好不好？非常棒，我跟你说这个，因为哦，一个人住的女生，你买那种大的果汁机，你放一颗苹果，打出的那个水就是有这么多，你告诉我，什么苹果？多小？这是没有，你放一个，你放一颗苹果，打出来就这么，这么大声的那种打出来就这么一点点吗 ？OK OK， 就打到你寂寞，就这么想喝。夸张，对，哎，西瓜子，
是真的啦，苹果这么大，你一杯打的就这么一点点啊？你这夸张了！因为那种大的，我说这种大的那种打汁杯 ，OK 了，然后清洁起来又麻烦。对，啊、哦，用它呗，杯子都省了啊，喝完了之后直接洗，直接冲就行了，好不好？真的很方便，买它。而且我们这次升级的是六叶的旋风刀头，而且我们的刀头可以打冰块哦，这个刀头是可以打冰块的哦。你想试吗？来，我们这是我们。我们走。又搞这种什么玩意，有的没的，我你飙我一脸口水。我觉得他可以，没必要给你们看一下，来聚焦一下，蓝莓冰橘子冰丢啊，我先把它抛开。 OK， 冰块我们可以听一下打冰块的声音。 OK， 好，可以了，足够了，三个，把那个橘子就行了。你真的做不得一点事，只是没瞄准而已嘛。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演示打冰块，好不好？它是可以打冰块的，不用加水，加点水果吧。它可以打成冰沙。冰沙，对，有的女生想说我想喝冰沙，你就可以这样。其实要装多一点 ，OK 了。那、冰沙打好了，看到了吗？冰沙打好了，然后再淋一些什么巧克力呀、奶、啊，没错，很方便，对不对？超好的这个，你们真的去买买它吧。他们家这个真的做的非常非常的棒，我说夏天火锅店神器。我跟你说，你在那个火锅店这样摇的时候，别人说：“哎，小姐，来一杯。”你说，扫码五块钱，火锅钱都赚出来了，好棒、啊，对不对？家里老抢生意，是不是？你跟阿姨老抢生意吗？来吧，所有女生们，三二一，209，我们直播间到手价99块钱，对，领100ED 优惠券，我们上链接喽，没问题。嗯，直接被火锅店轰出来了，悄悄的放到桌底下摇。他不会敢轰你的。我觉得海底捞服务都是很好。海底捞说：“我去进货。”对，你们逼我，算你狠。我自己去进货，我要服务员开始摇。以后他会可能会有自助，旁边放一个这个，你自己摇。多好呀，海底捞！我跟你说，海底捞想不想再火一把？啊，天天搞一些那种什么，送一些什么吃的什么小玩意儿。我跟你说，无聊了。用这个自助，让别人在吃海底捞的时候可以自己摇起来，你又是一大卖点吧？嗯。你还差这几个水果钱吗？你差这几杯果汁钱吗？你不差呀。是不是啊？我们给海底捞了一个非常好的小 tips。真的，你每次这种海底捞用我们这种方式，好不好？你就在那里摆一排九阳的，然后所有的店桌里插好，对吧？自助每个桌子拿一个这样摇，自己调自己的饮料，大家不会去吗？绝对会去。你跟九阳合作呀，你的门店里面还可以摆九阳售卖，对，你自己抽成。这种话就别说了，大家只要用过这个榨汁杯，绝对会买的。好不好？你开拓了一个小家电的服务，以后就做海底捞九阳的榨汁杯，牛，好吧、啊，只能说一个字牛了。是，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海底捞真的赶快做一做。以后蒸锅店也跟九阳合作，因为你们家永远就搞那个什么小火锅的吃法，然后火锅食材的各种吃法，你搞一点饮料的吃法呀，嗯，是不是？好的，好不好？现在大家哪个人不去吃火锅的时候买两杯奶茶，买两杯果汁？谢谢你了。现在什么那种果汁茶多贵一杯啊？30-40块钱一杯，30-40块钱你自己在里面自己让他消费一个。压长不行吗？好的，对不对？嗯，来吧，我们的九阳的榨汁杯已经上链接喽，73号宝贝，99块钱一个哦，辛苦大家啊，多多关注佳琪直播间。下一个，我们的苏泊尔真空保鲜封口机，苏泊尔来了，这个我们就留在家里用了。我跟你说，真的非常好用。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吃不完的那种坚果？干果、坚果。然后包括小朋友要去野炊，小朋友要去，比如说野营、露营，小狗狗要出去玩，你要带小狗狗出去玩，装狗粮，然后包括这啥？我怕它真的也可以，就是那种买回来的烧麦，一撕袋子全部崩开了，没地方装，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装，然后把它送到冰箱里。它可以不单独抽真空，它也可以做一个封口。是，哎，像这种烧麦比较奇形怪状的，就不要做那个抽真空了。我们来看一下抽真空好不好？好的，来拿起来，很简单哦，你只要把它对好，这里对准我们的这个卡口，然后按下去，然后压紧卡紧，就两个声音听好。然后我们来抽真空，选择好食物，如果是干性、湿性，嗯，然后对应的模式，我直接选标准，一键。它会把空气全部抽出来，赶走。这样的话，保持一个食材的一个新鲜度。新鲜度，它可以延长食物的一个保，不过全碎了吧？一会儿，它可以延长一个食物的一个保鲜周期。是，哎、嗯，看一下，所有女生们抽真空抽好了哦，是不是？家里面就会比较的好呀。哦，我跟你说，这个盒子，我想这个盒子，我上次发到那个里面去。盒子超方便，它抽真空盒，外接一个那个就可以抽。抽真空盒，那个盒子我卖不卖？我上次在网上看到这个盒子，我很想卖。今天是不卖啊？苏泊尔这个盒子给我卖。
好了 ，Right now 那个盒子非常棒，那个抽真空的盒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就搓好了，对，有很多，然后也封好了，食物都可以，对，好不好？包括一些苹果啊，什么都是完全没问题。然后包括你们家里面每年每户啊，湖南人啊，腊肉，把它切成一小片一小片一小片，放在里面抽真空，放到冰箱里面保存起来。像这个，还有这种烧麦，这个我单独给大家做封口吧。对，就不用抽真空，它的模式会比较多一些。正常来这样放下去，嗯，然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两边按压紧，然后你旋。正常这个只要封口，封口，你们看得到吗？我给大家变成封口的按钮就行了。我们聚焦一下吧。正常，你看，我们来跟大家讲解食物，你可以选那个干性湿性，像烧麦你可以选半湿的嘛。没错。然后模式对应有到轻柔跟标准。我们刚刚是那个封口真空，也可以单独的直点按封口，它就通过那个微微的加热方式，让它做到一个封空。对的。真空封口。封口。对，这个没有真空，就 OK 了。好的。辛苦大家，来，所有女生们，苏泊尔的真空保鲜封口机 ，OK 了。天猫店铺价269，而且要买品牌哦。我们直播间美们，非八八 VIP 199，八八 VIP 189.05元。然后我们送20个真空袋，对，然后我们3期免息给大家。3、2、1，我们苏泊尔上链接喽。对，李佳琦刚刚说的那个点特别好，就是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类似的真空线，线对，是对应后面我们会上瓶子，后面我们会上，就是一个瓶子，然后你可以把东西放进去，然后直接做锁鲜，抽真空锁鲜，特别好。这个的话直接点这个外轴点就 OK 了。是的，嗯、好不好？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这个真的很棒。美们，我们的真空机上链接了，先买真空机，下次我们帮大家上真空盒，就不用袋子，那种真空盒是可以反复利用的。我是觉得像现在大家可能就是买的东西一次买的量会比较多，囤货囤的比较多，又没有那么多人能吃完，那个食物它是会变质的。对的，你要做到一个延长锁鲜的功能。我跟你说，特别是狗粮，真的特别是狗粮，相信佳琪哦，你们真的没有狗冻干，狗粮会潮掉，口感然后还有就是狗狗冻干那种鸡肉块也是一样，家里面就一只小狗狗，那冻干狗鸡肉块那么大一包，打开了之后一直反不开，一直反不开，后面就不走油了，就不好吃了，对，潮掉了嘛，好不好？你就可以把它先区分一半，然后先做锁封，另外一半就给小时候狗狗吃起来，下次再把这个打开的话就更干净了啊！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苏泊尔的密封抽真空的一个收纳机已经加好了，下面一个我们的小熊全钢双层早餐机，这个很棒，这个我觉得一家三口人或者是单独女孩住的，很胖，所有女生们，哎，看上面蒸包子，对，下面。煮鸡蛋，这个就是专门今天晚上我吃的，这是我吃的鸡蛋，今天晚上的。所有女生们，下面煮鸡蛋，上面蒸包子，绝不绝？底下是正常，我们加一点点水就行了，加温嘛。哦，美们，因为小朋友嘛，有的时候起床起的比较晚，然后你已经提前做好早饭了，但是有点容易冷，你就可以直接这样放。然后包括像我们的视频上面写的一样，你也可以蒸什么，蒸糕点，在我们的这一层蒸糕点，下面一层蒸糕点都可以，蒸玉米、蒸红薯都是完全没问题的。小熊他们家的话是用到的食品级接触的不锈钢材质，而且做了防烫手的一个手柄，而且我们单层、双层大家自己组合装，小单层可以煮鸡蛋、热菜。以及中单层可以蒸一些玉米啊，然后包括包子、馒头啊都可以。然后所有女生们，239块钱，我们直播间只要89块钱，88 VIP 84块钱，便不便宜？就是这样的旋钮，非常的好的操作。它就是单键，只要大家选择好对应的时间，它就意味着已经开机了。嗯。然后我们底下会有一个这样对应的虚拟菜单。是的。它真的其实包括清洁起来也很方便，这对应都是不锈钢。没错。我们这个整机这边其实日常大家是稍微加一点点水，一点点水就行了，它不会有过多的油，正常湿布擦一擦就好了，好不好？清洁起来也很方便哦。来，我们89块钱，3、2、1，上链接喽。对。底下都是一些很好买的小家电，嗯哼，你蒸红薯啊，蒸蛋糕啊，蒸鸡蛋啊，利用率很高。然后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小熊的绞肉机，然后就到了我们的芝麻的投影仪，然后我们的造型器以及爱丽丝，还有小吃就没了啊！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辛苦大家，今天晚上很快也是11点钟左右，哇哦，我们现在11点钟就把宵店结不完了，嗯，贼厉害呢。是啊，来吧，我们小熊加好喽，好不好？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我们上链接喽啊！记得领券哦。好的，小熊一定要领券150，好不好？小熊领券150的优惠券，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绞肉机马上来了，对，我来教一下大家怎么领取到优惠券啊！点开我们的75号宝贝链接，嗯，点开之后往下滑，详情的第一屏给大家准备的是一张大额的150元优惠券，是的，我们一共有到两层，就是双层，上下的利用率会比较高，到手价格是89块钱，没错。好，下一个我们的小熊大容量的绞肉机，是的，这个我说东北家庭绝对用得到，因为喜欢包饺子。这个好吧，喜欢自己在家里面做包子，来啥都可以。插头，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你确定你放对了？我确定，我还得放肉呢，你给我打开。来，所有女生们、美们，我们这边的话，所有女生们打开，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肉
把这个先放刀片先放进去。它的刀片不是说单层的，它一共有四个刀片，然后它的刀片不是卡在里面的，你知道有的卡在里面的洗起来贼麻烦，好不好？特别特别的麻烦。所有女生们，你把肉剁的小碎块，然后你把这个刀片上上去，然后把肉放进去。天哪，我们吃水果的叉子，一会儿当心一定要清洁啊、哦。嗯，均匀分布一下。我们全部都放了，然后稍微的切一切哦，然后把这个盖子盖上去，然后再把我们的电机插上去，按压上去，给我看一下、然后对准口，稍微的动一转一转，大家稍微的对准口按压，然后美们开始了，有一档跟二档选择，我刚有会有烟雾，特别哭泣，没插电，来，给我来按压按下去，对，非常快的讲究，大家就是比如说蔬菜你可以一档，然后像肉类肉泥我们就用两档，好快哦，就不用你再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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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不是？哎，你们做的菜起来特别棒，特别棒。而且要说你说的，你包个饺子，包个肉，你把那个虾肉啊、猪肉啊一起放里面一起搅拌，对，好不好？非常非常的碎了。然后你具体的细腻程度，可以自己再做调节。是的、哦。然后包括所有女生们，你想要就再加一点什么调料进去，再拌一拌也是可以的。对。然后包括你就是搞完了之后，你可以把这个刀片直接拿出来，对，然后所有的边边角落的肉都可以做清洁。对。然后就直接用水冲洗一下就行了，然后全身都可以水洗，好不好？勺子有是不是很棒、啊？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这个就放到这里吧，好吧，他们去处理吧。然后包括你要做一些就是火锅底料，你要切一些蔬菜，切一些葱啊，调味料啊，酱啊，因为你会担心超市的肉馅，往往都是帮你包装好的，你担心那个肉今天不新鲜。是，你就还是要买新鲜的大肉。哎、而且我们这一款的话，所以就是一次可以搅一斤的肉馅，就混合蔬菜的话可以包45个饺子左右，所以就是一次可以把我们的所有的肉搅好。是的，而且是300瓦的大功率电机，因为我们之前播过小的。小的很多妹妹会反映说，这个这要搅3-4次，我那个包子的馅才可以，那一次可以做完45个包子，对，好不好？所有女生们，三重安全保护，使用很安心的，而且安装起来也非常非常的方便。小熊家两升大容量的一个绞肉机，149，我们直播间只要89，领60元优惠券。如果88 VIP 只要84.5块，包括胡萝卜什么都可以绞一绞，辣椒酱也可以绞一绞，没问题，好吗？3、2、1，我们小熊的绞肉机上链接咯。对，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头部，一共有两个按键。第一按键是看大家想吃的口感，就是如果你要细腻的话，你就选二档。是。如果你说要粗颗粒一点，就一档。或者是我们看食材本身，如果像肉类的，我还是建议大家两档去做一个搅打，会更加方便一些，而且清洁起来没有任何的死角。对的。冲洗就 OK。芋泥啊，什么都可以，但是把它切小一点点哦。妈妈不用说剁。来吧，我们下架喽，再加一下货，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小熊绞肉机我们已经加好了啊。下面芝麻投影仪，我们的 Diva Pro 语音版来了，这个真的很棒，性价比极致。我跟你说，出租屋女孩，包括寝室女孩也可以，投在天花板上，可以。或者你们把那个四个桌子嘛，不四个桌，四个床嘛，对不对？然后我们有一个幕布，你们把那个幕布放在你那个到那个阿姨推开门的那一刻，不是，那哪里、啊？是那个你可以放到那个地方，地方就把幕布放在不是。每个的形式都是一个方形，然后再延展出去一个小阳台吗？嗯，把那个挂在阳台那个地方，就也可以就刚刚让大家这样齐刷一起在那里这样看，对吧？多方便。Okay. 所有女生们，我们的芝麻 Diva， 但是不要看太晚啊，学习重要啊。哦，对对对。所有女生们，品质影音的一个产品，他们家采用到的是单片式的 LCD 的一个芯片，1000元内，美们真实 1080P 的 4K 解码。1000元块钱，1000块钱。你还要它怎么样呢？1000块钱不到，做的了1080P， 而且是4K 解码。对。这个真的非常高端了，这是1000元以下的高端的投影仪，就是它，而且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梯形矫正。对，它在抖什么里面？非常火，好不好？我有一次刷到，那我没那么厉害。所有女生们、美们，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还会有到这样的一个三角支架，对桌面，给大家一个这样小的支架，就是如果你对可以调节角度，然后你可以调稍微高一点都可以，完全没问题。然后我们这一款的话，所有女生们。机器跟墙面的距离大概在3米左右就行，它可以打出100寸的大屏幕，而且哦，所有女生们，我们这款的话，拉光屏幕展开包裹了8个魔术贴，所以大家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抗光幕颜色深的是正面，然后这就是垂直展开就行了，对，好不好？因为我们会送大家百寸的一个抗光幕的一个幕布送给大家，然后还有置角送给大家，所以大家家里面没有白墙，我们幕布都帮大家送回去了。对，嗯，然后包括所有女生们，固态的 LED 光源，所以整个使用寿命会比较的长一点点。对，而且要就精准用了之后，你不会进灰，不会虚焦，不会跑焦，然后超高级的镜头，这是 4K 解码，这个已经够了，真的够了。
对，1000块钱这个样子的产品真的非常厉害。但我老老实实说，它的流明相对而言就是千元以上价位段的流明，把灯关掉嘛，只要灯关掉之后，你的体感几乎是差不多的。对，而且是没有像素点的。另外，它只是会有手动对焦。对，我们正常其实有的时候用着也会手动对焦去移一移，这样移动一下就行了，对对，好不好？很简单。嗯、最主要的是，所有女生们1000块钱拿到1080P 的4K 解码，超厉害，真的超厉害。1399，我们直播间999送三角支架，送百寸抗光幕布，还有官方延保2年，以及爱什么意的会员月卡1个月，以及12期花费免息分期，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1年之内有质量问题以换代修。321，我们芝麻 Diva 智能投影仪语音版来喽。对。该有的功能都有了，然后千元价位段以下，其实我们日常没有推荐过给大家、哦。是这个的话，就是特别推荐给，比如说租房女生，因为你买一个大电视，其实你后期搬运的工程太大了，移机就会对电视机和屏幕产生损伤，是，你自己也没那个心思。对，这个的话直接搬走，就放在一个小特别方便吗？对不对？就放到行李箱里直接拿走就行了。对，好吧，我们上链接喽，芝麻 Diva 投影仪语音版1080P 4K 解码，只要999。拍下领400元优惠券，到手价999啊、哦！我来教领400元优惠券，直接999到手，很划算。点开链接，对应有两个颜色，一白一黑，往下滑。详情页准备的是一张大额的400元的优惠券，我们今天实付到手价格999元。是的，哦，而且它是一个全景的一个立体声，没错，低音做到是很雄厚，高音是比较偏清澈的。是，他们都说了，这个价格真的太划算了。对啊，1000块钱以下，但是拿到它，幕布要安装哦，很简单，就是8个点对好就行了。对。好吗？8个点对齐就行了，特别简单的幕布安装啊！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喽，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在我们的宝贝链接77号链接，辛苦大家，1000台喽。嗯，好吗？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下次我们在什么生活节上、家装节上应该卖的非常好，嗯，好吗？千元以下真的没有选到。是，接下来所有女生们，我们的红外线造型器，我们的雷瓦来了。对，我们就快速跟大家说。嗯。好不好？辛苦大家，雷瓦造型器它来了，这一台是性价比真的极高无比，而这个是我们的助播们非常喜欢的一个单品。对，他们家这个下面是旋钮的一个条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正常这个是个开关键，质感做的好好。对，你拿回家完全不觉得它是一个100块钱的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是120度，而且它温度很精准，嗯，140、160、180、200，看具体的发质和你想要持续的时间。是的，所有女生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红外线的造型器？它第一个除了有到我们的红外线造型器之外，第二个他们家做到了负离子护发，是千万浓度的负离子，有效帮你们在做卷发、直发的时候闭合毛鳞片，保护我们的头发，让头发更顺滑，不会容易说毛糙。第二个，它是一个表面哦陶瓷涂层，它是涂层细腻，减少毛发过程中的一个拉扯和损伤，然后他们家是有美们防滑的一个硅胶条，所以它整个的话，所有女生操作起来会更加的方便，而且不容易碰到它的一个烫。然后第二个，所有女生们，它是无档调节，对，建议大家可以使用180度，这样定型效果更好。哦、对，然后今天这个我们的卷筒给大家做的是一个32厘米的一个卷筒，大卷，32厘米，中等卷也不能说大卷，32毫米吧。32毫米，就是32。嗯，你们然后它这个底下哦，所有女生们，这个地方是转的，因为很多女生就是各种啊，然后这样啊，这样子卷，贼多姿势。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根线的话会容易缠。对，它这个时候就360度的一个转动，所以它整个你哪边卷哪边卷都是可以的，好不好？所有女生们，169，我们直播间只要139，是不是贼便宜？139块钱一个哦。321，我们上链接领30元优惠券。139，我们的雷瓦红外线造型器来喽。对，大家正常像什么长波浪啊，然后你自己的刘海打理啊、嗯、八字刘海自然的弧度都可以用一个卷发棒来做一个智能的控制。是的、啊、很方便。好吧，我们上链接喽，美们，我们千万负离子让大家做卷发不容易枯发和伤发啊。嗯、是的、哦。辛苦大家 ,78 号宝贝我们上链接喽。对。多多关注哦，谢谢大家的支持，直接领30元优惠券 ,139 到手。对。好吗？辛苦辛苦。32这个毫这个厘米我们算的上的比较少。真的少。嗯。32这个尺寸上的比较少。哦，因为夏天大家可能做头发会更加的细节，所以我们上32给大家。对。好吗？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宠物明天晚上会上。好吧，宠物的小产品明天晚上会上给大家，所以大家明天晚上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啊、哦。好，所有女生们，下面一个我们的爱丽丝除螨仪，超好用。这个来吧，爱丽丝，真的卖了无数次了。爱丽丝除螨仪，他们家的除螨仪，春天了啊，大家真的把自己的被子，把自己的那种什么沙发上，美们拍一拍，除除螨了，好不好？怎么样成为88 VIP 啊？今年8月8号你来买88 VIP 卡呗，就充值一下就行了。对，哦，一年就把钱全部省回来了，贼方便，特别好。
好不好？辛苦大家，你看我们女生们基本上都是八八 VIP。昨天来吧，所有女生们、美们，我们的这一款它是马达加基片基板，它就是强力升级，是高频的一个震动模式，然后让床品不容易坏的同时，它更强力的震动跟拍打来把螨虫的抓力做到破坏。你看，刚刚是很脏的，你看变脏了，然后变干净了，然后往前走，脏的，然后又干净了。对，它就是一个提示灯。这个提示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的环境是比较偏脏的，你就可以吸出来。你看刚刚这个上面是透明的，现在是变灰了。这个枕头其实这个枕头是李佳琦，我们家就是李佳琦他们家随便拿的一个。嗯，你看说明它有非常多的尘螨在啊，尘螨跟灰尘。对，对应干净的话就是亮绿灯，如果相对而言比较脏，它是橙灯和红灯。没错，所有女生们、它上面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咯，所有女生们看一下，这边是拍打网，然后它这边是吸风口，它是大吸力的吸风口、所以整个的话除螨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厉害的。而且这一款所有女生们他们家有三个档位可以选择，双马达设计，包括这种比较好看的那种小靠枕，但是它的表面会更容易积灰，因为它是不同的面料嘛。然后给大家看哦，我看一下这个、这个相对来说干净、但是边边角角比较脏。对，看到没，就除螨除尘的效果是肉眼可见的。对，而且档位很多，有到强档、标准档和我们正常弱档，弱档就不拍打。这个妈妈们把你们家里面的什么小宝宝的衣服啊，小宝宝的一些什么床单呐、然后什么这种游戏垫呐、全部搞让他来吸一吸。因为那种螨虫真的会让小朋友的娇嫩肌肤容易过敏。对，而且他们家的话是有到美们两个排气滤网，两个集成滤网，所以整个排出来的气，妈妈在搞卫生的时候不会呼吸到的是脏东西。明白。它整个的气是干净的气体，让大家的家居空间不会是越吸越脏，越拍越脏。你看，我就吸了两个枕头，它上面整个网上里面已经黑了，这边已经灰掉了。本来刚刚是可视的透明窗，对，就已经黑掉了。然后你知道，你把你们两个床全部吸完了之后，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的毛絮，是它后面会有很多很多的脏东西，这是肉眼可看不见的一些东西，好不好？我们一年之内有质量问题，只换不修，而且哦，所有女生们，我们半年左右换一次滤网就行了。来，439，我们直播间328，我们会有排气滤网加集成滤网，领80元优惠券。爱丽丝他们家做这种美门，就是除螨仪做的非常非常的好。来吧，我们跟大家上链接。好好，来321，领80元优惠券，我们上链接喽。对，然后跟大家说明，其实像现在就是换季，对，有非常多的扬尘，外面的柳絮，如果大家还是家里养宠物的，哇天，一定要用它，用除螨仪，好不好？一定要用它哦，辛苦大家，我们上链接了。移动硬盘没有贵哦。对，因为我们是今天是有一个2T 和一个5T， 2T 跟之前的价格真的是一样的，是，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上链接喽。好的，好不好？小我们的那个爱丽丝除螨仪，这是床品，大家一定要用起来，特别到了春天，柳絮多，灰尘多，住在立交桥附近的啊，一开窗那个立交桥哇，全部都灰。对对对对，我以前就住在立交桥附近，我上海的第一个房子，你租的房子，你那一天不能开窗，你开窗地板上都是全是灰，都有灰，被子上全是灰，你换了新的被子，你上去睡在灰上，很恐怖哦，所以就是每天要做一个清洁。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爱丽丝除螨仪已经加好了，下面我们的小事修组器来了，这个很好用的电动修组器，美们，你们夏天要穿凉鞋了，你的脚后跟呢脏的不行，然后你的脚的那个脚趾甲的那个大拇指跟小拇指旁边啊也是一样，然后包括你做了脚膜之后，你想要把那个死皮做得更好的清洁，对，你就可以用它。你们都有泡脚盆对吧？每天泡完了脚之后，再把就是一个脚放到那个泡脚盆里，一个脚这样翘起来，翘起来，然后把水渍擦干净，然后开始磨，磨完了再泡一会儿，啊，然后再把那个脚换上来，磨完了之后，那把脚擦干净就行了。你们夏天穿凉鞋更加的漂亮，主要是脚后跟有太多的老废角质或者是死皮的话，也是影响大家的足部的一个就是足弓的一些就是美观度也是，然后美观度、健康度有痛感也会有痛，而且太干的话，我们的足部后跟干裂，干裂了就会出血，出血了之后你会很痛。对。好不好？所有女生们、美人们，这是我们的小事电动修足器，它就是直接开机之后，它就这样来做一个滚轮的一个修足器，是修足不痛，而且哦，健身人士爱跑步的、爱穿高跟鞋的都要买，而且我们有两个不一样的，所有女生们滚轮，磨砂颗粒感，这是细的，嗯，娇嫩的脚用细的，老公用粗的，对。重度的老茧，大家比如说经常走路频繁的，是，其实你的脚弓针的地方侧边越磨越粗颗粒，然后你就用它用清水冲洗一下就干净了，很简单，好吗？所有女生们、美们，天猫店铺价小事修足器129，我们直播间59，我们 SKU 二是149，我们直播间79，我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们 SKU 一里面是包含了清洁毛刷加充电器加深色的粗砂
磨砂头，浅色的细砂磨砂头，再加主机，再加防尘罩。SKU 2里面是美门清洁毛刷加充电器，加我们的粗颗粒的刷头，细颗粒的刷头，再加主机，再加防尘罩，再加我们的一个这个一个这个耗材上多一套，就多了一套耗材，就贵了20块钱，好不好？领70元优惠券，321小事修足器，我们上链接喽。好的，数量拍一领张70元优惠券。小硬盘在72，宝贝啊，大家想买的女生可以直接拍喽。哦，硬盘颜色全部下架了，真的假的？耶，橙色、黄色、白色、黑色都没了。啊，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哦。来吧，我们的美门小事修足器已经上链接了，在80号链接，大家可以直接去抢领70元优惠券哦。标签机也卖完了。嗯。嗯，我说了这个绝对会卖完的标签机，我看不好意思哦，没有了就没有了，真的没办法再加货，全卖都挺好的，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Amazing 那个古良吉吉的包包也是已经预售都没有了，预售都卖光了，然后我们的咖啡也是6万了，对不起大家，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好不好？没关系，这次卖完了我们下次再来买，我们下次还是会帮大家上链接的，好吗？等他们老板备好货了之后，我们再帮大家播刀，大家再来买。只要好好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会推送一些我们的美门每天要播的一些产品给大家。然后明天晚上会有 iPad， 大家多多的关注。我天，好不好？明天晚上会有 iPad， 大家多多的关注直播间哦。全卖了。6000台是，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标签机补不了货了，对不起大家。洗地机有啊，已经卖了6000台的爆品宝贝科沃斯洗脱一体机，有的啊。你要如果要手持洗地机的话，我们要等，好不好？等天可啊。好吧，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哦，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那我们今晚上的潮电节的所有产品都已经帮大家讲解完了。对的。好吗？辛苦大家，谢谢大家对佳怡直播间的一个支持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苹果手机13 Pro、13 Pro Max， 以及苹果手表和苹果耳机，大家想买的女生也可以直接去拍，都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已经挂上来了。对，其实今天真的是我们要赶上平台的潮电节，就虽然困难度比较高哦，但是我们还是帮大家上了比较多大家刚需的产品和一些大件，希望大家多多的担待，下播前一定要付款。是啊，希望大家也要多多的担待，因为我们在家居家办公，所以没有办法帮大家做很清晰的一个展示，但是我们尽量帮大家讲解清晰，让大家可以买到你想买的东西。还有包括我们的方太啊，大家已经可以自己去拍方太，在我们的宝贝链接63号宝贝，我们卖了1000多套方太，好吗？我们的那个烟罩套装，大家也可以直接去拍一拍。辛苦大家，谢谢你们的支持，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好的，好吧，那我们来预告一下明天晚上我们的产品有哪一些。明天晚上7点半直播哦，来吧。明天晚上我们会有到的是我们的上弦的鸡蛋糕，很好吃的一个鸡蛋糕，以及豆浆粉喜鹊美林豆浆，以及 Coco 的一个小花曲奇饼干，有的，以及我们的核桃仁摇身记哦，超好吃的核桃仁，是，以及我们有零有实的豆乳威化饼干来了，那个很好吃。然后大马必富的糖，这是我床头会有的糖，薄荷糖，以及农夫山泉超好喝的打奶茶来了，低糖的，以及 real 好不好？以及我们的西姐泡菜汤，对，必品格。然后以及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磨盘山的五常大米，以及霸蛮肥汁米线，是的，还有我们的博朗的料理棒，以及我们的贝轻松的颈部按摩器，然后我们 V1 猫主粮冻干肉饼，非常棒，这个冻干肉饼，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狗狗的一个肉脯，麦富迪，你知道这个肉脯，我们家今天狗每个狗吃的贼开心，超级超香，超肉脯感觉我闻到了我都想要吃那种，它很厉害，而且它的肉脯很便宜，它真的真正的肉脯，它不是合成肉脯，它是真肉脯，好不好？还有到的是我们的再三的宠物除臭喷雾，是的，以及我们Kitty 悠悠的半封闭式的一个猫砂盆，还有我们的 K9 的主粮猫罐头，对，以及我们的美门朗诺的一个宠物冻干鸡肉棒，棒棒糖，这个很棒，这个棒棒糖鸡肉冻干鸡肉棒，这个我们狗狗也很喜欢吃。还有到的是我们的皮蛋的美门猫砂来咯，对，皮蛋猫砂，还有到的是我们的所有女生们 Jace 的一个乳胶凉席，以及银石的摄像头，还有膳魔师的运动吸管杯。当妮的留香珠，对，惠百氏的儿童分离牙刷，喜马拉雅季卡，对，以及我们的芒果 TV 的会员季卡，以及我们木九十的镜框眼镜，蕉内的防晒木浆帽，对，还有到的是蕉内的防晒服，明天晚上防晒服防晒帽都来了啊，还有蕉内的坨坨袜，以及 Armani 男表，好不好？以及我们的蝴蝶结套装，马克西尼，明天我穿这个你觉得可以啊？我觉得非常好。还有到的是我们的安踏的鞋，明天安踏鞋只要229，对的，明天有安踏的魔术贴的一双鞋229一双，还有 The Ordinary 的烟酰胺以及新
面部精华，以及 PCA 南瓜水 ，Fenty Beauty 啊来了，旺旺 ，Fenty Beauty 就是我们超爱的那个流光唇釉，超好看 ，Fenty Beauty 流光唇釉，大家一定要来买，巨美无比。还有 Kate 的小粉瓶的祛痘水，以及 NYX 的16色眼影盘 ，AHC 小安瓶 B5 面膜，以及花王。我的头发，我用的就是花王，我的头发，我用的就是花王，施华蔻，你后悔吗你？我的发色就是花王染出来的，很好看。我真的是花王哦，我也是花王哦，我是花王，我的黑色是花王染的哦。我的那种，还有我们的袋鼠海眼洗发水，以及 Holika Holika 卧蚕笔，以及 Make Up Forever 高清粉底液、科润水乳套装、Olay 超白身体乳，我的同款，以及 Olay 超亮沐浴露，以及。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好不好辛苦大家哇谢谢大家的支持哦多多关注多多支持 好不好辛苦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明天晚上我们是七点半给大家直播哟哦，嗯，对了，我来说吧，是，好吧，旺旺说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有关那个苹果的价格问题啊，因为上播的产品其实是针对于某个店铺的一个优惠力度，是的，然后我们如果未来618退差价，我们退的是5月23号，5月20，对。那我们就会退到5月23号的，对，因为5月24号是我们那个618活动的首日，如果在这个期间店铺价格发生变动，我们是可以支持退差价的，对的，好不好，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多多关注佳怡直播间，好不好，我们今天的所有产品都已经介绍完了，大家想买的话一定要赶快下单哦，最后5秒钟时间下单啊，好不好，辛苦大家，然后大家也要最近多多注意安全，然后在家里面的话一定要保持愉快开心的心情，然后在家可以多运动起来，然后呢也一定要注意所有女生们在家里的营养安全啊，然后包括我们外出的时候防疫安全，好不好，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变天了大家也要记得多多的就是加减衣物，好不好，然后包括狗狗的话也是一样啊，家里面有宠物的话也是要好好照顾一下，是的，辛苦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希望佳怡直播间可以每晚七点半来陪伴大家，没问题，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也希望上海的疫情早点结束之后，我们的主播们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然后六点钟帮大家来上一些服装 啊一些好东西给大家，零食啊，好吧，我们有好多好看的衣服都已经被压在后面了，对，所以谢谢各位品牌对我们直播间的一个支持和谅解，好吗，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明天晚上宠物小专场已经我们有很多好看的美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支持和多多的购买啊，那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早点休息，明天晚上七点半见哦，拜拜，好吗，谢谢大家，辛苦大家，明天见，拜拜，明天七点半，拜拜，拜拜，明天见哦，再见，晚安，晚安。